回到寝室，牧晨见到了一群舍友，众人早就等着他了。一看到牧晨，个个像饥渴的狼一样抓着他，兴奋问道：“老三，你牛叉呀！这几天是不是和美女大主播腻歪在一起？你们不会真的睡在一起了吧？不过老实说，保险措施做了没？你们还年轻，可别坑了下一代啊！”看到一群牲口挤眉弄眼、笑嘻嘻的表情，牧晨一阵无语，干脆懒得搭理，挥挥手将一群人应付过去。后面和舍友聊了会天，看到牧晨一边聊天一边在纸上写着什么，张文好奇凑上来。 看着上面一排五线谱，愣道：“老三，你在写什么？啊、呃，没啥，最近不是灵感爆棚吗？又写了一首曲子，嘿嘿，错了，应该是三十一首才是。”牧晨哗啦啦写了一通，跟着将写好的五线谱和对应的简谱递给张文，认真道：“老张，今天有空的话，帮我上音乐版权网站，帮我把这三十一首曲子注册下。”靠，你又写曲子了！张文一声惊呼，接过乐谱看了几眼，瞬间震惊了：“你小子可真的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一鸣惊人啊！” 张文一脸复杂表情说道：“之前牧尘也没有表现出相关的才艺，没想到却是真人不露相。这几天学校里和网上轰轰烈烈传的沸沸扬扬的《梦中的婚礼》这首曲子，别人不知道作者是谁，他们还能不知道？就这一首写曲子的手段，难怪能聊到美女大主播呀！”叶承松和其他舍友也是感慨无比，看着牧晨的眼光都快羡慕的疯了。哼，这是天赋，你们嫉妒也没用。”牧尘哈哈一笑道：“夜的钢琴曲。”张文看着手上的五线谱，几秒后。 他抬起吃惊的眼眸，直觉告诉他，这又是一首经典的曲子。你呀、啊，就这原创的本事，网上那群黑你的家伙要是知道了，估计得懵逼了。说着说着，众人就聊到了最近微博上很火的话题。对啊，那群家伙也是傻，随便被人带下节奏，就说你是个狂妄无礼的家伙，还骂你坐井观天，说什么你就创作了一首曲子，就以音乐天才自居。可笑他们根本不知道，你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张文也是学过音乐的，此刻对着五线谱哼哼了两句，光是开头的曲风节奏。 一下便征服了他，就是那群骂你的人都是林老的粉丝，也不知道哪个家伙一直在抹黑你，说你在私底下各种瞧不起林老，还说什么屠神正道。我看啊，估计是赵子阳那个王八蛋在捣鬼。刘浩远也打开微博，一边开了无数个小号，盯着牧尘粉丝的名义和那群黑粉对骂着。看他起劲的样子，牧尘心底只有苦笑连连了。算了，网上喷子还少吗？反正我没做过他们说的那些事，对林老我更是一百个尊重，绝无冒犯之意。清者自清，相信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牧尘笑了笑，安抚一群舍友道：“话是这么说，不过你还是得小心点。赵子阳这个人。”叶承松眉头一皱，开口道：“这家伙在咱们学校也算是个人物，和大四的方平几个混在一起，他们要么是富二代，要么是高干子弟，在学校里得势的很。真要整你，总能找到名头。”“那就让他们来。”下一刻，牧尘傲气说道，气势无限拔高。张文几人惊呆了，寝室气氛一阵沉默后，刹那几人扑了上来，将他狠狠压在了床上，闹成了一团。“靠，你小子几天不见！” 装 B I 水平见长，有我三分功力了呀！刘浩远哈哈大笑着，其他人也是一阵打闹，寝室里响起了欢快的笑声。靠之，老子说的是真的呀！牧尘则是一阵无语。好一会，众人不闹了，老大张文这才将牧尘拉到了阳台，一边哆嗦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银行卡，老三有个事跟你说。他声音哆嗦着，四下瞄人，一副防贼的表情，紧张兮兮道：“那天开直播，女神看在你的面子来给我捧场，土豪打赏太给力了，粉丝也给力。” 你知道不？就那半小时时间，刷了快百万的礼物。昨天金鱼平台把那钱给我结算过来了，总总共是四十八万六千多点，我都给放这卡上了。你帮我把钱给人家女神还回去。看着老大那哆嗦、兴奋却又清澈无比的目光，牧尘笑了，挥挥手，他随口道：“我问了，飘飘根本就不在意这些，她不要啊。”张文一听呆住了，连忙摇头：“那怎么行？快五十万啊！我一个学生，你这么多钱放我这，我心里不踏实啊！”听着老大不断嘀咕的话语。 牧尘也是一阵无语，老大就是这么实诚。这要是别人，巴不得就把这钱给抠下来了。就连他自己，五十万对他来说也是一笔大钱。不过现在嘛，牧晨手上还有上次卖药方留下的五十万，对这笔钱倒是没那么看重了。那这样吧，零头你留着，四十万我帮你还给飘音，怎么处理他来决定。牧晨笑了笑道：“这……这张文瞬间呼吸急促起来，想到自己居然能分到八万块钱，可把他激动坏了。那……那我就收下了。”见牧晨一副坚持的目光。 张文脸红的小声嘀咕道：“毕竟八万块钱不眼红是假的。”行了，咱们哥俩还用得着客套吗？我还不知道你啊。牧晨再次一笑，看了下时间，他也就准备离开寝室去找叶飘音汇合。对了，有个事忘了跟你说了，好像是昨天晚上有个女的来学校找你，刚好我碰到了，怕你在外面惹了什么风流情债，我没说你跟女神在一起的事，就说你不在学校，你自己注意下。后面老大的一席话让牧晨猛然身躯一顿。一个女人，老大跟着艳羡的在一旁嘀咕。 不过说真的，那女的也真是极品啊，火辣风情范，开着一辆野马，一看就是够烈的性子。这种女人上了床上，那劲可足了。这么一说，牧晨顿时知道是谁了。唉，唉声摇头了下，牧晨和舍友告辞后走出寝室，跟着拨通了苏南的电话。呜呜，电话刚一接通，那头就传来差点哭了的声音，跟着就听苏南连环霹雳炮一样的说话声。牧晨，呜呜，你总算理我了。苏南，实在抱歉啊，这几天实在是忙，所以没法。 及时回复你的短信，牧尘悠悠一声道：“我知道，你是不是又接了其他女人的单子了？这回正陪着人呢、啊，是不？”没有想象中的生气，而是带着一抹讨好的语气，还有一丝幽怨。只听苏南激动道：“牧晨，你放心，我不会打扰你的，真的。我就是有时候想你了，想找你说说话而已。”“嗯嗯，我知道的，乖了。”牧晨笑了笑说道，突然感觉有点脸红，自己是不是太坏了？不过，这让一个极品女神挂念的感觉还真不错。那。 你们亲嘴了没有？突然，下一秒苏南的脑回路让牧晨猛然一怔，几秒后露出尴尬的表情，犹豫了下，牧晨还是回道：“嗨嗨，亲亲了，哎呀呀，气死我了！”他仿佛能看到电话另一头苏南气得一蹦三尺高的样子，张牙舞爪的。牧晨，我真想把你拴在我身边。哎呀呀，我的极度之火在燃烧啊！不行，我要冷静，我要冷静。电话那头瞬间响起苏南的一声尖叫，他好像在控制自己，深深吸了几口气，跟着嘟噜道。 牧晨，反正我不管，你的初吻是我的，你的第一次也是我的。对对对，第一次是你的。牧晨苦笑着附和道：“那，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来见我，或者我去见你也行。真的，我好想吃麻辣烫。牧晨，你陪我吃麻辣烫好不？”苏南突然发起了点说道：“吃完麻辣烫，我们可以，可以那个啊。”紧跟着又是一阵羞答答的声音，带着点坏坏的挑逗和浪的一匹的塞劲，瞬间让牧晨的下半身支起了小帐篷。嘿嘿，那个有空再联系吧，实在受不了。 生怕这个小妖精从电话里杀出来，牧晨一番安抚后挂断电话，这才长长吐出一口气来。挂断电话，牧晨走了几步路，跟着自个一拍脑袋：“不对啊，楠楠又不是我女朋友，我更加没有脚踩两只船，我心虚什么呀我？不过吃麻辣烫倒是个好主意。”十分钟后，牧晨在女生寝室楼下接到了叶飘音，看到牧晨身边围着一群小女生，一个个犯花痴，想要上前搭讪，却又怕冒犯到男神的紧张样，叶飘音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家伙被小薇翻了翻白眼。 心里头也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了。之前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弟，但眼下变化如此之大，竟是连他都有些小小心动，更别说其他女人了。这个牧尘简直就像是一台多巴胺发射器一样，分分钟都能迷倒一大群小女生。姐，那明晚咱们再见喽。和表姐告辞一声，被小薇扭头看向牧尘，目光复杂，最后走上去，使劲拍了下牧尘的肩膀，嘟噜道：“喂，牧尘，你可要照顾好我表姐哦。”哼，一切缘由他可是都从表姐口中探听出来了。 共享男神短信，居然一天雇佣时间高达十万块！牧晨这家伙身价还真高。不过话说，怎么没见谁给自己发这么一条短信呢？要是真发给自己，我要不要试试呢？贝小薇一边在心底嘟噜着，突然的脸就红彤彤起来，一阵滚烫的，最后白了牧晨一眼，扭着小蛮腰返回了寝室。什么情况？牧晨还有点丈二摸不着头脑，抬眼看向叶飘音，好奇道：“你们聊什么呢？”扑哧，叶飘音又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发出，转着乌黑的眼珠子。 笑嘻嘻道：“小薇一直在问我，从哪里雇佣到你这个极品男神呢？”说到这，他猛地露出一抹纠结不舍，道：“牧尘，过完明天，咱们俩的雇佣关系就结束了，我好舍不得呀、啊！你说能不能再续单呢？我真想把你雇个十天半个月的。”听到这个声音，牧尘心底也不由苦笑起来，还真没办法呢。他苦笑着解释：“嗨嗨，你可以理解为公司有这么个规定：三十天内客户不能再次下单，而每次下单时间不能超过一个礼拜。哎，好可惜啊！” 叶飘英是真的不舍，沉默了阵，这才抬眸眨了眨眼睛，咯咯一笑：“咱们回家吧。”嗯。牧尘温柔一笑，把口罩拿出来给他戴好，顺带把自己的也戴上，然后才在一群女生花痴的目光下走出了学校。我听到了，原来男神的名字叫牧晨。哼哼<呵>，你还不知道吧？男神是咱们学校大二的学生。说起来，我去年还和学弟亲密接触过呢。嘿嘿，你们的消息过时了。最新消息，明天的中秋晚会上，男神会登台演出。 几秒后，女生人群里宛如一块大石投入湖中，彻底掀起一阵阵涟漪来。什么天啊！男神要登台演出！哇哇哇哇！我要去看！我一定要去看！男神长这么帅，笑起来那么的温暖，他就算是往台上一站，也是那道最美丽的风景。嘻嘻，你们说男神会表演什么？不会是胸口碎大石吧？不过他身材那么好，俯卧撑一定也做得很好啊！一个身材窈窕的女生突然夹紧双腿，脸色羞红一片，轻咬着嘴唇。 好想和男神一起做俯卧撑呀、啊！光是想一想，人都快酥了。回家后，牧晨将昨天包的药茶热了一遍，随后亲手端到叶飘英跟前。这妮子的脸一下落了下来，苦着脸，像个小孩子一样求抱抱。牧晨，我不要喝了，太苦了。说完这句话，叶飘英自个脸都红了。她一向很独立，哪里会做这种小女生状？但是在牧晨面前，她就是忍不住想要撒娇，想要他的拥抱。就算只是依偎在牧晨的身边，那感觉也是很好的。你又不听话了是吧？牧晨走过去。 假装要打他的小屁屁，吓得这小妮子发出一声尖叫。不，不应该说是尖叫。牧晨一阵呼吸急促，眼都红了，说：“真的，这应该是赤裸裸的挑逗才是。”不，不要了。叶飘音手足舞蹈着，被牧晨一个公主抱抱起，跟着脸上一阵撒娇似的大笑，一边还发出让人心思痒痒的声音，在牧晨怀里不断挣扎着。火爆的身材挤兑的牧晨的血液都快燃烧起来。牧晨仿佛被牧晨那凶狠的目光给吓到，叶飘音缩了缩身子。 跟着眨着桃花般水汪汪的大眼睛，嘀咕道：“太苦了，牧尘，你放过我了，好不好吗？要不我们待会……”话没说完，牧尘拿起药茶喝了一口，跟着把头低下，嘴对嘴的把药茶往那阴唇里灌了进去。咕，叶飘音一个猝不及防，整个身体都绷紧了。几秒后，他将在牧尘的怀里，脸颊滚烫的吓人。不知多久过去，两人唇分，沐晨坏坏一笑，直勾勾盯,盯着他。呜、哦，好甜。刹那，叶飘音陶醉极了，迷离着眼睛。 再一次抱紧了牧尘，两个滚烫的身躯拥在了一起。之后一天时间，两人哪里也不去，腻歪在公寓里，享受着那美好的气氛。虽然牧尘和叶飘英还没有突破那最后一层实质关系，但此刻两人的关系却更加的深厚了。叶飘英有种直觉，牧尘就是他等候了一生的真命天子。至于牧尘，则苦逼了，被聊得不要不要的，随时处于擦枪走火的状态。有一次，叶飘英瞧他憋得难受，突然脸红着，用手做了个动作：“牧尘，你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我帮你？” 叶飘英脸红无比，羞答答的把头埋了下来，这让牧尘心里激动一跳。飘英这是要……但很快，叶飘英羞涩一笑，调皮捣蛋的低下头。此刻牧尘那坏坏的目光，瞬间让他心脏都快跳出来似的。坏牧尘，他想到哪里去了吗？人家不过是说，我帮你放凉水冲一冲，灭灭火了。在一阵咯咯的笑声中，叶飘英一脸火辣辣、羞涩至极的将牧晨推进了卫生间。你好坏哦啊！你肯定想歪了，我给你放了凉水了，我才不管你呢，你难受呀，自个解决。 说着，叶飘音调皮的将卫生间大门关上。卫生间里，沐晨一阵无语，最后低头看了一眼，他一脸无语的摸了摸鼻子。嗨嗨，什么时候才能解锁那一环节呢？很快到了星期六晚上，这天也是叶飘音雇佣沐晨后的第五天，明天就是雇佣时间结束的日子了。叶飘音将深深的不舍藏在心底，帮沐晨选了一套衣服，随后两人离开公寓，前往金陵大学。因为今晚是中秋，每年这个时候中秋月圆，阖家团圆。 叶飘音总是最孤单的，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切断一切联系方式，埋头大睡。睡醒后开直播和粉丝们聊会天，这就是他过去十年的生活状态。但今年这个美丽的节日里，叶飘音感觉自己幸福极了，因为牧晨陪着他。牧晨，待会演出你可要好好表现哦。两人很快抵达金陵大学，叶飘音刚和牧晨说完一句话，突然见牧晨神色一顿，直勾勾盯向前方，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停靠在两人身前。 赵子阳第一个从车上走了下来，跟着他一眼就看到牧晨，眼中一抹挑衅，像是故意的一样，打开另一个车门，一边扶着车上下来的乘客，一边冷笑道：“真是晦气，居然碰到他了。”子阳，你说谁呢？”一个和气的声音出现，只见一位白发老者缓缓走了下来。“老师，他就是牧晨。下一秒，赵子阳冷冷一笑，食指一比，指向了牧晨。赵子阳的老师，那不就是音乐界大咖林国成教授？牧晨连忙肃然一礼，朝对方看去。 而林老也是看向了牧尘，眸光晶亮，带着几分打量的韵味。第一眼自然是甚为惊艳，这小伙长得也太帅气了。以林老常年经营音乐节的见识，也见过不少所谓的小鲜肉上门求歌，但他们的气质形象，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牧尘的，甚至可以说是直接被碾压了。小伙子，《梦中的婚礼》这曲子是你写的？林老犹豫了下，还是开口问道：“林老，你好。”牧尘连忙回应，跟着点头道：“是的。”得到确切的回复，林老眸中异常的复杂，叹了一声。 可惜了，牧尘顿时一脸愕然，看着林老摇头感慨之色，还有赵子阳临走前投来挑衅的目光，嘴角带着冷笑，扶着齐老师远远的离去。我怎么感觉我好像成了恶人了？回过头，牧尘露出一抹无可奈何之意。叶飘英走上来，揽着他的胳膊，摇头轻冽一声：“原本刘导的音乐剧主题曲，包括背景音乐，采用的都是林老写的曲子，但你的横空出世让刘导改变主意。”说着，叶飘英扑哧一笑，柔情蜜意的看着牧尘：“谁让你那首曲子那么好听呢？” 刘导选择你的曲子，只能说明你优秀。不过，叶飘音的语气停顿了下，略微担忧的看向那道远去的背影。但是，你那个校友，我总感觉他给我的眼神很不好。我想在林老那边，他肯定说了不少你的坏话。叶飘音的确猜对了，这几天时间，赵子阳一有空就往林老家里跑去，而牧尘经他的口也被描述成一个狂妄自大的作曲界新人，以为有两把刷子就可以藐视一切。他甚至还无中生有，陷害牧尘曾对林老大肆挑衅，言语间不将当代几位大师放在眼里。 林老虽然性子淡薄，但事关自己的名声，自然也不会忍气吞声。他今天能来，还是看在那首《梦中的婚礼》写得极好的份上，让他生出一丝爱才之心，想亲眼看看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本事。若有本事，他不介意包养上两句；但若是虚有其名，亦或者狂妄无礼，那么为了捍卫自己在圈内的地位，林老势必要展开反击。否则，随便一个新人都来借着他的名气来踩上几脚，那他也枉为一代大师了。走吧。牧尘随后一笑，也想开了他人的看法。 又何须在意？当晚，学校礼堂，金陵大学有举办中秋晚会的习惯。每年这个时候，全校师生共聚一堂，欢度节日。而今年的中秋晚宴最令人期待，特别是国家一级导演刘云老师的加入，更让今晚的晚会充满了期待感。许多师生都在关注刘云编导的音乐剧《青春不留恋》。据说这部音乐剧还没上演呢，就被全国各大媒体关注，包括许多影视圈的大佬、音乐界的明星天王都十分期待这一部大作。刘云是金陵大学音乐学院的导师。 学校这才获得其第一轮演出的资格。据说全国各地想要联系安排这一出音乐剧演出的舞台院线已经排成了长队。六点整，晚会即将开幕，师生们陆续到来。牧晨和叶飘英倒是先坐在观众席上，准备欣赏晚会演出。他们的音乐剧是在晚会中间阶段登场，所以倒也不急着上台。舍友张文几个也到了，看着远远坐在前排的牧晨，都露出羡慕的神色来。老三现在是牛大了，美人在怀，事业也跟着来了。刘浩远感慨道：“当然。” 辛迪也为牧晨高兴，他们也没多想，只当牧晨准备往音乐界发展。毕竟他创作的那一首《梦中的婚礼》，最近可是大火特火，没有任何原创声源，光靠着手机拍摄的一个模糊小视频，那音质说有多渣就有多渣。可就是这渣渣音质，却凭着那悦耳的曲调，直接杀进了网络搜索排行榜、微博热议话题等等，甚至连许多钢琴界的名人最近也在秀一波弹奏《梦中的婚礼》的视频。在视频里，每个人对这首曲子是极为赞誉。哎，有空得提醒下老三了，这曲子现在流传这么广泛。 他这个原创者却连正版声源渠道都没录制，任凭那些盗版声源各种泛滥传播，这损失的可都是钱啊！张文却是有几分商业头脑的，想到梦中的婚礼被各种盗版商用，他就心痛的不行。行了，老三心底还没点数吗？刘浩远却是一笑，直觉告诉他，老三这家伙心底肯定有计划。不过说真的，这小子最近变化可真大，会弹琴不说了，还会编曲。更夸张的是，就连他煲的粥都那么美味，功效巨大。想到那一天牧尘煲的养生药膳粥，刘浩远不由舔了舔嘴角。 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很快，晚会开始。学校来了不少领导，特别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来了一大半。毕竟这几年金陵大学有意发展文体建设，音乐学院更是人才济济，再加上美女众多，自然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观看。别的不说，光是这个校花、那个院花的就来了不少。这些人一进来就引起学生们的关注，特别是四大校花的到来，更是引来不少牲口的狼嚎。整个晚会现场一片沸腾。贝小薇在楚芬儿等闺蜜的陪伴下，穿着一件低调的白裙也到了现场。 他的目光最前面几排扫视了一圈，最后看到牧晨和叶飘英两人亲密的坐在一起，他心里悠悠一叹，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姐，我在你们后头。给表姐发了条短信，没多久，叶飘英回头打量起来，很快，两姐妹视线交汇，跟着就心有灵犀的笑了起来。被小薇这一笑，美若天仙，瞬间让无数男生又激动了。至于牧晨和叶飘英两人坐在前排，再加上戴着口罩，这才没在学生群里惹出太大的轰动。但就算这样。 坐在两人身边的学生都忍不住投来打量的目光，一个坐在牧晨旁边座位的女生甚至激动的全身发抖，不时偷看着牧晨，沐浴在他的气质之下，完全忽略了整场晚会的演出。不得不说，金陵大学举办的中秋晚会也是水准极高，各种歌唱、舞蹈表演、小品、相声，将一群观众们逗得捧腹大笑。很快到了《青春不留恋》这部音乐剧登台亮相的时刻了，牧晨和叶飘音也连忙起身，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前往后台换衣准备。牧晨、飘音，你们来了。 刘导正一脸淡定的在后台指挥，看到两员大将到来，顿时生出笑容，亲自迎了上来。两人各自问候一声，和刘导有说有笑起来。哼，旁边一身主角服装的方平眼中闪过一抹嫉妒，他可是剧中的男主角，可刘导看到他，不过是不咸不淡的安抚几句，哪里有对牧尘和叶飘音如此重视的姿态？这让他嫉妒极了。不过后面想到赵子阳先前给他发的短信，他看着一脸微笑的牧尘，心里忍不住冷笑起来。哼，先让你得意着。 待会看你怎么收场。与此同时，随着舞台主持人的一声宣布，下面有请下一个节目登场。下一个节目是我校音乐学院教授、国家一级导演、著名音乐创作人刘云老师亲自编导的音乐剧《青春不留恋》。几秒后，舞台大幕拉开，音乐剧正式演出。观众席上，一群观众都眼前一亮，坐直了身子，开始欣赏这一出高水准的舞台秀。《青春不留恋》总共是十八分钟的演出时间。随着剧情的推进，方平扮演的男主角，大四学生饶敏敏扮演的女主角。 其他配角人物相继登场，全场观众都被剧情吸引，再加上演员们的卖力表演，一时间，整个礼堂现场诸多师生们都沉浸在这部感人音乐剧的氛围当中。特别是刘导的精心编导、大手笔的演出服装和背景设计，更让这部音乐剧的意境升华了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小高调来源于叶飘英的登场。当看到美女大主播的身影，叶飘英一身酒红色晚礼服登场，精致的五官，微微淡妆下更加的清丽脱俗，而其精湛的演出更衬托出其美丽和动人的气质。 让现场诸多男生们彻底疯狂了，飘飘飘飘女神，有人在大呼，但很快又安静下去，沉浸在叶飘音带来的精彩演出中。舞台上方平等一众主演心情矛盾的很，高兴的是叶飘音的加入的确让他们的演出提高了好几个水准，吸引了更多观众。难受的是，好像叶飘音的人气，一个配角居然比他们几个主创人员的人气都要高上许多。后面随着剧情的继续推动，音乐剧到了最后阶段，女主角因为得了绝症。 在婚礼中倒在了男主角的怀抱中，两人柔情对视。也就是这时，舞台缓缓转动起来，一台斯坦威的三角钢琴缓缓出现在观众眼中。滴噔滴噔噔滴，一首梦幻般的钢琴曲随之宛如天籁，回响在现场几千名宾客的耳边。梦中的婚礼，有那已经听过曲子的学生顿时激动的满脸涨红，露出陶醉状，沉浸在这一极致的听觉享受中。 而一些初次听到这首曲子的观众，则感觉全身在站立，有种灵魂被洗涤了的感觉。不少人下意识的闭上眼睛，放空心灵，去细细的品味，沉浸在这一首曲子带来的愉悦感。舞台上，牧尘一身黑色晚礼服，得体的裁剪将他的身形衬托的无比健朗。虽然只是坐着，却仿佛能看见那矫健的肌肉和黄金比例般的身材。双手搭在黑白琴键上，空空的手臂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十分细腻白净，手上和身上没有多余的饰品，衬出了他简单的个性。尤其是一头黑发。 略微卷卷的嘴角泛起的笑容，带着一丝慵懒，却和那闪烁如星的眼眸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哇！刹那，整个礼堂响起无数尖叫声。好帅！一群女生们彻底动容，个个从座位上站起来，摇晃着婀娜的身姿，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最为歇斯底里的叫喊。不只是女生们被撩动了，就连现场一群男生此刻看着台上那个气质出尘的男神，五指跳动间，伴随着美妙音乐的回荡，一个个也不由陷入怔然中。有人举起了手上的相机。 画面定格，舞台上，牧晨乌黑的密发犹如夜空深邃，帅气而又棱角分明的轮廓，高挺的鼻梁，那宛如星辰般的瞳孔，仿佛宇宙黑洞，随时会吞噬人的一切。再加上那淡然的笑容，从容不迫的弹奏风格，透露出一抹只有大师才有的气场，自信、坚定、深度、韵味不凡。哇哇哇！男神啊！天啊！我幸福的快要晕了。这一刻，无数女生眼睛立即变成了桃心状，亮闪闪的双眼直勾勾盯,盯着台上的牧晨，一边倾听着那美妙的乐曲。 一边欣赏着那惊爆全场的帅气颜值，这一刻的感觉简直就跟飞上九霄云端一样，彻底醉了。而区别于学生们只关注牧尘的颜值，一些有心人则心中一震，刹那流露震惊的表情。好精妙的情技，还有这曲风、这曲调、这意境，简直是大成之作。林老、刘云，包括现场受邀前来的许多音乐界的名人，他们关注的则是舞台上那个坐在价值一百万的斯坦威名琴边上的年轻人的弹奏《梦中的婚礼》。几秒后，林老的眼眸逐渐上扬。 神色多了几分凛然，他发现牧晨的琴技竟是到了让他无可挑剔的地步。这个年轻人好强的演奏水准。舞台上，牧晨的演出依然在继续，惊艳全场。可以说，此刻全场观众已经陷入牧晨编织的绝对音乐氛围之中。有那心神静定的，还能一边欣赏演出，一边聆听那美妙的钢琴曲声；更多的已经彻底忘了剧情，陷入那琴声之中，心生莫名的感动，烦躁的心情在这一刻得到了宁静。一曲结束，音乐剧的剧情也到了尾声。 牧晨换好，从钢琴椅上走下来，一身翩然燕尾服，将他的气质衬托的极为高雅。底下无数粉丝狂热的叫喊，也不曾使他脚步凌乱，反而是闲庭信步走到两位男女主演跟前，变戏法似的取出一捧玫瑰，送给了青梅竹马的他。在这部音乐剧里，牧晨的角色定为女主的青梅竹马，两人就像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关系。在此刻，他亲手送出了自己的礼物，他的眼中没有悲伤，只有祝福。那暖暖的气质彻底俘虏了一大帮迷妹。啊，牧晨牧晨。 好帅啊，男神不愧是男神！男神，我想给你生猴子。整个礼堂彻底爆炸，无数人在尖叫，各种灯光亮起，就好像哪个天王巨星在开演唱会一样，气氛非常的浓烈。女主欣然的接过玫瑰，她苍白着脸，直直看着牧尘，最后微微一笑，她缓缓闭上了眼睛，仿佛做了一个梦，走在绿郁的草地上，四周是布置的洁白神圣的婚礼现场，在一首梦幻般曲子的伴奏下，三人的身影被灯光笼罩，最后消失，舞台落下帷幕。天啊！ 大神啊，我一年的膝盖都献给这位大神了，简直可以封为钢琴男神了。我宣布，已经成为大神的粉丝了。另外，我想问，大神叫什么名字？音乐太好听了，我泪点那么高，但是听到那美妙浪漫的音乐，我都忍不住哭了。精彩至极，这是我看过最好看的一部音乐剧。刹那，全场响起一波波浪潮式的鼓掌声，诸多观众激动的站了起来，双手都拍红了，个个兴奋的大叫着，宣泄着心中的激动。所有人都疯狂了，更有一些夸张的女生，身子疯狂扭动。 喊着“牧尘意”意或者“男神”这两个字，恨不得立刻跑到后台向牧尘表白。音乐剧落幕后，现场久久不能平静。舞台下，刘云看着这令人欢舞的一幕，激动的全身站立，喃喃不停：“成功了，成功了！”虽然他主持过各种大型演出，导演过许多拿了大奖的音乐剧，但这一次，刘云是真的兴奋。他感觉他的职业生涯将在今天得到新的升华。特别是牧尘的伴奏演出，一首《梦中的婚礼》完全赐予了整部音乐剧的灵魂，让他变得更加完美了。 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看来得找牧尘聊聊了。片刻后，刘导露出一抹欣然的微笑，朝礼堂后方走去，去迎接自己这部音乐剧首秀的最大功臣。而在前排观众席，随着观众们激动振奋的尖叫声扩散开来，一群音乐界的大佬们也陆续回过神来。林国成教授，包括金陵大学音乐学院的正副院长、钢琴大师李云等人，此刻都流露惊芒。经典，说是经典都不为过呀！音乐学院的赵院长一脸感慨的说道：“满分十分的话，我给他十分。” 一旁的国内音乐界有着青年钢琴大师的李云，神色稍微凝重，几秒后悠悠一声道：“听说这曲子还是演奏者自己原创的。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此子的实力简直超凡，完全可以碾压国内大部分年轻一代，不应该说是国内钢琴界年轻代第一人了。”送出这个评价的是，此番受邀前来欣赏刘导作品的宋海燕。他是国内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世界级著名钢琴家，其作品《夜色》《月光》《海燕》《亲情》等，区区经典，让人沐浴在他的音乐月光下。 洗涤凡尘心垢，而现在他做出如此评价，彻底惊呆了一群人等。一阵沉默，有人扭头看向正中位置，一直坐着沉默不说话的老人。林老，您如何评价？众人纷纷一亮。对啊，林老是在场众人之中咖位最高、水平最牛的那位，他老人家还没评价呢。当下，一群人纷纷扭头看来，投出好奇的目光，猜测着这位老人会给出怎样的评价。琴技水平高超，作曲素养更是业界一流。顿了下。 林老西字如金道：“若我如他这般年纪，我不如他。”轰！这下就像是古井不波的湖面投进去一块巨石，掀起了万丈波澜。所有人错愕的盯着林老，老人家说了什么？这他说他不如台上的年轻人，不是在他那个年纪，他不如他。可就算这样，也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让现场众人动容失色，无法平静。林老是谁？国内音乐界最牛的鬼才，年轻时代就创作过无数经典之作，被无数粉丝追捧。 他创作的歌曲曾一夜席卷大江南北，他创作的曲乐深受各界领导的喜爱。他更曾代表华夏参与国际音乐大赛，为华人取得无数荣誉。林老对此子可当真是另眼相看啊！一时间，众人感慨连连道：“林老这时悠然一声，不否认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但我们作为老一辈，在当今音乐界推崇的也并非只是才华，相反，人品、品行、素养缺一不可。”此话一出，林老悠悠起身，示意一旁的弟子扶着自己往礼堂后方走去。 而四周一群大佬则个个金芒一闪，林老这话似乎另有深意啊！他们也并非不知道一切，晓得最近网络上林老似乎陷入和一个新人的风波中。等等，那个新人好像就是创作《梦中的婚礼》这首曲子的原作者，那不就是？看到林老一脸深意离去的表情，一群人纷纷醒悟过来，而后互相对视一眼，露出笑容：“呵呵，这下倒是有意思了。上一次林老动怒，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吧？走，看热闹去！”一时间，一群乐坛大佬。 互相有说有笑着，也跟了上去。反倒是金陵大学音乐学院的两位正副院长，瞬间就急红脸了，愁眉苦脸的，哪里还不明白待会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林老不会真的去找那个学生的麻烦吧？肖副院长担忧道：“踩着大师上位啊，你说呢？还是咱们学校的学生，这要是处理不好，引得林老对咱们学校产生不好的印象，那可不妙。”赵院长谨慎的呢喃，一拍手：“走，希望那个小家伙别乱来才好。”而另一头，林老闲庭信步，在弟子的搀扶下。 缓缓走到礼堂后方，子阳可有信心？突然，他停下脚步，若有深意的看了一眼身边的弟子。赵子阳满脸涨红，眼眸里仿佛有一抹火焰在燃烧。先前牧晨精彩的演出彻底引发轰动，无数人赞誉有加。他看在眼里，心里那是恨的不行，也酸的不行。本来今天站在那个舞台上，引发全场轰动，接受各方赞美的人应该是他才对，可就是那个小子抢走了一切。想到这，他内心闪过一丝深深的仇恨，咬牙道。 老师，您放心，待会我会挑战他，让他知道谁才真是真正的天才。礼堂后台，牧晨和叶飘音正在接受刘老师的赞美。你们两个真是让我这部剧升华了好几个层次，老师真是幸运啊！刘云笑盈盈的看着牧晨，那是越看越喜欢。牧晨，你是什么专业的？刘老师，我是物流管理的。牧晨笑着回应道：“学什么物流啊？你这么好的天赋，要不转到音乐学院吧，跟我学音乐如何？”说着。 刘云用炙热的目光盯着牧晨，巴不得他立马一口答应下来。刘老师，这就算了吧。其实我对音乐只是爱好。”牧晨有点尴尬的说道。“瞧这孩子，这还只是爱好，这要是继续钻研，那岂不是更厉害？”刘云感叹着。不过他也看出牧晨那清澈的目光的确没有一丝矫情的意思，当下只能遗憾道：“可惜你这天赋了，行吧，反正你什么想通了，随时来找老师我。”叶飘音则在一旁笑嘻嘻的看着牧晨，感觉特有面子。刘云是谁？ 那拎出去也是一方大咖，但他对牧晨这么欣赏，这让叶飘音心里也跟着得意极了。对了，你银行账户多少？报个号码给我。突然，刘老师的一席话让牧晨愣神了下。老师，您，你这傻孩子，我这音乐剧到时是要商演的，要收门票钱，再加上后期做成视频，授权给各大视频网站。你那首钢琴曲可是最大功劳，老师怎么可能白要你的曲子？刘老师认真道。啊，这算了吧。牧晨没想到。 刘老师会主动提钱的事情，沉思了下，连忙摇头表示拒绝。那怎么行？后面拗不过刘老师，牧尘只好报了一个号码过去。你等着啊，我让助理给你把钱打过去。刘老师说着就转身离开了会。没多久，牧晨和叶飘英刚换好衣服，他就收到了银行短信的提示。哈，看了一眼入账八十万的银行短信，牧晨愣了下，跟着咧嘴开心的笑了起来。哟，挣钱了！叶飘英凑过来看了一眼，看到八十万，掩嘴一笑，瞧把你给开心的。不过。 刘老师还是挺看重你的，八十万不少了。你那首曲子是经典，但你毕竟是新人，能给出这个价格已经算很高的。哈哈，反正是白赚的。牧尘嘿嘿一笑，看到叶飘音那促狭的笑容，后面又接了句：“哼哼，这你就不懂了。这钱对我来说不算少了。你以为人人都是你啊？随便开个直播就能赚个百八十万的？”说到这，他想起张文的托付，掏出另外一张卡，简单解释了下：“我不要。”叶飘音使劲摇头，语气坚决道：“你别以为我傻。” 之前你帮我配的药茶，我去网上搜索了，光是那三十年野山参就要花上不少钱，所以啊，这钱你收下来就行了，反正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牧晨原本还故意板着认真的脸色，听到后面这句话，顿时忍不住一个扑哧笑了出来，摇摇头，他是真的有些无语了。系统这牛掰大发了，居然能把叶飘音这么传统的一个女人给改造成这种思想，难道自己以后还真只能去当小白脸了？那这么说，你整个人也是我的？牧晨坏坏一笑。 拉住叶飘音那纤细的小手，在对方羞涩的神色下，趁着四周没人，正准备嘴一个时，就见先前离去的刘老师一脸急匆匆的跑了过来。小莫，麻烦来了。刘老师苦笑着走过来，尴尬着解释道：“林老要见你，我之前和他提起过你，他对你很有兴趣，还有一些业界的大咖们，他们都对你很感兴趣，这回都过来要见你呢。”啊！没等牧尘反应过来，就听远处一阵喧哗和脚步声响起，跟着一大群人闯了进来，为首两人正是林老和赵子阳。林老这一次前来。 虽说是因为网上的新闻把他逼得不出来维护下自己的地位，但他对牧晨这个人还是充满了好奇心的。特别是先前那一段钢琴独奏表演，牧晨已经充分展现了其实力，对这个小伙的琴技和编曲水平，他表示赞赏。但若是对人真如网上说的，牧晨要踩他上位，那林老就算再漠然、再心善、再不计较名利得失，此刻也无法容忍一个晚辈对他的挑衅。这无关面子，也无关利益，只是单纯为了维护音乐的神圣，不让小人玷污了这份高雅罢了。当然，他也不至于倚老卖老。 以大欺小，年轻人，我们又见面了。目视着牧尘，林老很平静的说了这么一句话：“林老，你好。”牧尘和叶飘英连忙鞠躬一礼，表示对前辈的尊重。行了，赵子阳从旁边站了出来，冷笑看着他，骂咧道：“你不用做样子了，在网上你故意踩低我老师，把自己说成是天才一样，我老师不介意，但我可看不下去。牧尘，你要有种的话，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赵子阳第一句话直接就是一个大帽子给牧尘扣了下去。 这让他眉头一皱，连忙辩解道：“林老，微博上那些有关挑衅您的内容，我看到了，但您误会了。那条微博不是我发的，更不是我找人发的。总之，我没有半点不尊重您的意思。相反，您在我们这些小辈的心里，那是大师级人物，跟您学习还来不及呢，是吗？”林老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当然。”牧尘急忙点头，话没说完，又被赵子阳打断。他讥讽道：“牧尘，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就不用说了，我们又不傻。我老师名气这么大。” 你又刚好有这个机会，不借着这个机会踩上去，你怎么出名呢？喂，你把牧晨当成什么人了？你以为他是你啊？就只想着出名啊？一旁的叶飘英看不过去了，蹙眉指着赵子阳，也跟着反驳过去。哼！赵子阳咬牙切齿辩解道：“林老，说我老师，我要出名也是靠自己的实力，不像某些人就靠着一些歪门邪道来上位。”行了，一旁的刘老师看不过去，连忙站出来劝和道：“林老，我以我的人格保证，网上那些话。” 绝不是从小木这边传出去的，他是一个好孩子，不会这么不知羞耻的。还有，您别怪牧晨，换曲子的事，是我这边决定的，真的是抱歉，并不是说您老的曲子不好，只是小木的曲子更适合我这部剧罢了。说到这，刘老师也是一阵尴尬，当着林老的面，他总不可能说林老您的曲子的确没有牧晨那曲子好，所以我换下来了。但牧晨现在碰到的麻烦又是因他而起，刘老师当即认真道：“林老，牧晨真的是一个好孩子，您就别为难他了。谁说我要为难他？” 林老呵呵一笑，突然神色一凝。他那首曲子的确是极好。嗯，众人一听都愣了下。不过嘛，我也是有些不服气的。说到这，林老自个儿都笑了，温和一声。不过嘛，人老了，我也不出手了，就让我这个弟子代表我和小木交流交流，如何？这最后一句话是看向牧晨说的。牧晨，你不会是不敢跟我比试吧？赵子阳故意冷嘲热讽起来，冷傲的姿态一览无遗。牧晨则沉默着。 叶飘英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胸口起伏的厉害，显然是被赵子阳给气着了。而牧尘的沉默，则让四周一群人都嘀咕不停。难道这小家伙真的心底有鬼？可也不对啊！如果他真的是靠踩着林老来上位，现在更应该把事情给搅浑起来，才能占便宜啊！还是说他不敢鄙视啊？年轻人嘛，总有几分好胜之心。再说了，大伙就是想考量考量下你这个小天才，又不会吃了你。小伙子，你还不敢跟我们聊聊啊？见林老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牧尘淡然一笑，终于点了点头。林老，那就交流交流。旁边校领导见气氛有些尴尬，连忙站出来，摆手道：“林老是咱们国内音乐界的大能，牧尘同学呢，也是青年一代的佼佼者。这叫老一辈指点新一代年轻人，就是交流嘛。对对对，今天正好这么多位大师到场，正好大伙一起交流交流，也是一场趣事。那这样，去我的琴房。”刘老师在一边苦笑，瞧这是闹的。不过这回也没办法了，只好把人都带过去了。很快，有关音乐界大咖。 作曲家林老带着弟子赵子阳前来跟一个年轻学生见面，不应该说是找麻烦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音乐学院，学生们都轰动了。林老是谁？那可是大咖啊！再加上同行的还有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著名青年钢琴家李云，好几个著名作曲家、乐坛大佬，一时间就跟华山论剑一样，彻底点燃了所有人的八卦之心。没一会功夫，刘老师的琴房就被一群问询赶来的学生给挤满了。学校也不好把学生都赶出去，只能放了一部分人进来，人群里。 牧尘一眼就看到老大张文几个，这会正跟他挤眉弄眼的。要不是这么多大咖在，几个人都能不要脸的拉出一条横幅，表示死撑兄弟到底了。牧尘，加油！张文几个激动的大叫，一边朝身边的学生炫耀：“看到没？场上那个站着的，对，就是那个钢琴男神，是俺们舍友。”一副与有荣焉的表情。叶飘英则站在他身边，小声嘀咕道：“牧尘，这一看就是那个赵子阳使的坏心眼，你别留情，待会把他踩得死死的。”那是当然。 牧尘昂然一笑，抬眸看了眼赵子阳，对方一脸得意，双眼激射出一抹锋芒。不远处，方平、林雪等人也赶了过来，都是乐呵呵的，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贝小薇是最后赶来的，看到校花出现，一群学生们默默的让出一条道来。牧尘轻轻呢喃几声，贝小薇也是一脸的复杂。此时气氛有些压抑，诸位乐坛大佬齐聚一堂，也算是十年难得一见了。牧尘很淡定的站在场中间，几秒后，目光看向林老。 小莫，你学琴多久了？林老问道。从小就学的，牧晨说话道。这倒是实话，他小时候上过兴趣班，学过弹琴，不过那水平，嘿嘿，摆不上台面就是了。但的确是从小就学过的。这样，你对世界十大难度最高的钢琴曲可有了解？林老兴致不小的问道。还行吧，牧晨随口一声。这姿态就有点太随便了。林老不由皱了皱眉。下一秒，赵子阳站了出来，替他老师说话道：“牧晨。 你要踩我老师上位，也要有这个本事才行。全球十大难度最高的钢琴曲，一共是十首，待会咱们抽签，谁抽到哪一首就当场弹一遍。正好今天在场的都是业界大师级人物，就让他们点评点评，到底谁才是天才？怎么样？你敢吗？说着，赵子阳露出兴奋的神色，眼神里更是志在必得的信心，还有一抹浓浓的嘲讽。有什么不敢？牧尘笑了笑，随意抬起右臂，淡然道：“一只手让你都成。”狂妄！全场动容，有人露出冷笑。 暗藏嫉妒的目光，当然，对于大部分女生，牧尘轻描淡写的姿态，瞬间又给她增强了一波魅力，让一些女生们激动的小手直抖，恨不得让男神关注到自己。牧尘当然不可能用一只手去弹奏世界十大难度之高的钢琴曲，但他的态度从容淡然，还有嘴角那一丝笑意，仿佛述说着他对比试的漫不经心。这种无形的挑衅，彻底激怒了赵子阳。牧晨，你果然够狂，等着吧，我会打败你的！他咬牙一声，暗骂个不停。别以为你长着一张小白脸，就有绝对的自信。 在音乐的世界，实力才是第一关键因素。林老等一行人也都皱起了眉头。这小子是天生狂妄，还是对自己足够自信，一点都不把对手放在眼里？赵子阳是林老精心栽培的弟子，从小就有钢琴神童的美称，更何况这几年在国际上拿了不少大奖。他现在的水平，就连老一辈的钢琴家也不敢小觑。哼，我承认这个叫牧尘的年轻人水平不错，但这么多前辈在场，他居然一点谦逊都不讲，也太无礼了。难怪林老这一次会追究下去。现在的年轻人啊！ 可真是一个个眼高于顶，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呢。随着一帮乐坛大佬的发言，刹那全场的目光都汇聚到牧晨身上。刘老师眉头一皱，他印象里牧晨不是如此高傲的人，看来是自己小瞧他了。也是年轻人嘛，总有那么几分火气的，就是可惜了。林老这次显然是针锋相对而来啊。他看了眼赵子阳，对方眯着双眼，气势同样不弱。这两人的情技到底谁优胜一筹？不否认，牧晨创作的《梦中的婚礼》真的极为经典的一首曲子。 但是他只表现了一次，而赵子阳同样不凡，他名声在外，而牧尘呢，之前一点名气都没有，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冠绝无双？两人谁才是真正的天才？牧尘能赢过林老的关门弟子吗？抱有同样心思的还有贝小薇，学院领导、一群看热闹的观众等等，唯独叶飘音直勾勾盯,盯着牧尘，眼眸里充满信心。牧尘一定行的，没有任何理由，他坚信牧尘一定能够再次制造惊喜。哼，敢小瞧牧尘，等着被他狠狠踩在脚底下吧。 叶飘音撅着嘴，瞄了一眼赵子阳，眼神毫不掩饰的嘲笑。被他这么一看，赵子阳脸色更差了。没人想被一个美女轻视，等着吧，等我打败他，你会后悔的。所谓的天才不外如是。他恶狠狠地在心底低吼道：“牧尘，笔试是我提议的，我当仁不让，就由我先来选。”随后，赵子阳冷笑一声，取出准备的道具，是十张纸条，分别对应全球十大难度最高的钢琴曲。这是要斗琴啊！一时间，围观的学生们露出兴奋的表情。 同时，他们也弄清楚了两人斗琴的规则：弹奏全球十首难度最高的曲子，抽奖式的选择一首，抽到哪首就弹哪首。这也太随机了吧！一时间，不少学生露出敬畏的表情，亦或者仰望高山的神色。要知道，那可是全球十大难度最高的钢琴曲啊！现场来围观的学生一大半是音乐学院的，其中学钢琴的占了多数。当他们还在为过专业十级苦苦练习，亦或者为第一钢琴协奏曲。 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五号、莫扎特的第八钢琴协奏曲等曲子而苦练时，人家倒好，信手拈来就是全球十大难度最高的曲子。音乐学院几个自认为天才的学生都快哭了，差点当场挖个地洞把头埋起来，这也太他妈打击人了！全球十大难度最高的钢琴曲，他们也会，但会的只是其中那么一两首，平常偶尔弹弹，用来在朋友聚会时小露一手，亦或者撩妹时装备的装掰技能。弹的一般，但已经足够收割四周他人的一波波惊叹和崇拜了。 可是要让他们在现场几位大佬面前弹奏十大难度最高的钢琴曲，他们可没那个胆，分分钟被这些个大佬们挑刺，随便一个音节弹错了，那丢人就丢大发了。可眼前这两个家伙倒好玩的，还是随机抽取，这要是抽中一首自己不会的，那还弹个屁呀、啊！而他们相信，牧晨和赵子阳两人既然都同意这笔试，那肯定是说对于这十大难度最高的曲子，他们都会，十首都会啊！尼玛啊，这他们还让人活不活啊？不少学生在心底泪流满面。 这他妈天才和凡人差距也太大了！现在的年轻人可了不得呀、啊！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宋海燕微微一笑，露出感叹之色。想当年咱们学琴，那是老老实实的，别说什么十大难度钢琴曲了，就算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斯卡》，李斯特的二号匈牙利狂想曲，碰都不敢碰。是啊，只能说天才嘛，都是不走寻常路的。几位大佬也是苦笑点头。而在他们议论间，场上的赵子阳咧嘴一笑，摊开手指，取出里面一张纸条。呀！ 难度第五的伊斯拉美，赵子阳低头看了看，露出一抹不屑一顾的表情。还真没什么难的，赵子阳心底一阵轻松。牧尘脑海闪过一道信息：伊斯拉美又名《东方幻想曲》，是著名钢琴演奏家巴拉基列夫在一八七零年前往高加索地区采风后创作的一首经典名曲，有浓郁的风情。这首作品主要分为三段体，先是主奏表达主题，然后是中段弹奏出充满感情的小型版，然后结尾加快速度回到主题，显示出十分狂热的极板。 因为弹奏的技艺很讲究，对节奏和弦音的把握要十分精准，因此具有极高的难度。在全球各地，不少出色的钢琴家都以行云流水的弹奏完一首《伊斯拉美》为挑战目标。随后，赵子阳走到一架钢琴前，开始了他的演奏。第一个印象，音律很准。牧尘眉头微微一跳，而这时，赵子阳的双手已经快速的在琴键间跳跃，速度很快，指法也很凌厉，看得一群观众们惊艳不已。总之，就是那种感觉，啥都看不懂。 但是感觉很深奥，很有 B I 格的境界。一时间，整个琴房陷入一片安静，所有学生，包括林老等人都沉浸在那优美旋律中。很快，赵子阳的节奏进入到中段，而这个时候更加考量功力了。看着赵子阳的食指化作一道道魅影在琴键上跳动，不少学生们脸色惨白，露出自愧不如的表情。唯独牧尘眉头轻轻一皱，呵呵。随后，他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而他的这个表情也被一边紧紧关注他的林老注意到了。难道他也？ 林老金芒一闪，刹那不动声色，继续聆听着弟子的演奏。最后是结尾部分，赵子阳食指重重砸在琴键上，疯狂的演奏，双手瞬间跳跃在几个键区，一阵震慑心灵的音符从斯坦威三角钢琴的共鸣箱里迸发而出，太震撼了！现场所有人目瞪口呆，看着赵子阳嘴角微咧，施展出神之手速，一波流利的炫技，将一首伊斯拉美完整无瑕的弹奏出来。一曲结束，赵子阳傲然一笑，站起身，挑衅似的看了一眼沐尘，甚至。 他都不带一丝喘气的，仿佛刚刚弹的不过是一首普通曲子，而不是世界钢琴曲难度第五的伊斯拉美。啪啪啪！刹那，一大片热烈的掌声在现场响起，一群学生们沸腾了，个个尖叫着：“天呐这也太炫了，太厉害了！”赵学长，太棒了！赵学长不愧是林老的高徒，这等眼花缭乱的琴技简直无敌！我总算明白什么叫做炫技狂魔，什么叫做天才了！震撼，完美！我要是有赵学长一半水平，我都能进伊斯曼音乐学院了。 全球最高水准的音乐学院，许多学生露出崇拜的目光，直勾勾盯着赵子阳，火热的眼神恨不得冲上前去，抱着大神的大腿，蹭点天才的气息。呵呵，一群凡夫俗子。赵子阳高傲的环视全场一圈，像是凯旋归来的王，正在接受臣民们的追捧和崇敬。老师，我的演奏结束了。场上中央，赵子阳朝四周坐着的林老、包括刘云、宋海燕等几位大佬躬身一礼，随后气质从容的退了下来。 他走到牧晨跟前，将剩下的九张纸条拿出来，扣在掌心，一阵打乱后丢在桌上。牧晨，你选吧。嘴角撅起，赵子阳带着旗开得胜的无敌气势，以睥睨式的目光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牧晨，满满的嘲讽韵味。比弹琴，赵子阳还真没怕过谁。牧晨，加油！身边叶飘音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他没想到赵子阳的实力竟然出乎意料的强，一时间他都有点担心了，朝牧晨看了一眼，投去一道鼓舞的神色。 安啦，小问题而已。牧尘笑了笑，神色很平静。切！赵子阳再次冷笑，讥讽之意更甚。这小子太狂了，让人恨不得揍他一顿。随后，牧尘伸手，很云淡风轻的从桌上一堆纸条里随意抽了一张出来，摊开纸条，他看了一眼，神色依然平静。赵子阳直勾勾盯了过来，瞳孔蓦然扩大。几秒后，他似笑非笑，更像是藐视的语气，开口道：“牧尘，也不知道该说你运气好还是不好，呵居然抽到了这首曲子。” 什么曲子？四周学生，包括林老等人都好奇的探头过去。赵子阳一把抢过牧尘手上的纸条，高高举起，跟着用玩味的语气说道：“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什么？世界难度第一的钢琴曲？”瞬间，全场轰动了。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它被誉为世界上难度第一的钢琴曲，乃至名副其实，高达十四万个以上的音符。有人形容，演奏一次拉三，在体力上的付出。 不亚于产十吨煤，就连拉赫玛尼诺夫本人也将这首协奏曲戏称为“大象之作”，比喻其庞大和沉重。看到牧尘抽到这首曲子，赵子阳笑了，还有一丝嘲笑。就算是他想要独奏一曲拉三，也要提前做好几天的准备，酝酿精神，让自身的精气神在一定时间段提升到最高点，这才勉强能将一首曲子给完整的演奏出来。牧尘，你运气真是差，要不投降得乐？赵子阳戏谑的看向牧尘，嘲笑道：“要不然。” 我怕你倒在这舞台上，到时候丢脸的可是你自己。呵呵，拉三而已。牧尘看了他一眼，表情依然平静，走到钢琴边坐下，双手搭在黑白琴键上，双眸微闭。什么意思？围观学生们一愣，跟着议论纷纷起来。这位同学不会是真的要弹拉三吧？天哪！你们看，他连琴谱都没准备，我要疯了！拉三据说可是足足有十四万个以上的音符，别说这么多了，一万个我都记不住。难道他的大脑是电脑，不看曲谱就能独立演奏出一首拉三来？靠！ 他要能做到，我直播表演吃椅子。四周学生交头议论，林老等乐坛大佬也是一阵错愕。拉三啊！宋海燕甩了甩干练的短发，再一次感叹道：“当年我曾见过国外一位大师弹奏拉三，还未完成，中途当场崩溃，可见拉三的难度之大。好像李先生也曾表演过弹奏拉三。”众人目光看向场上唯一的青年钢琴家李云先生，对方苦笑一声，仿佛回忆起什么，露出一抹动容。一年前，我有幸当众表演过一次拉三。 但那次是在背后团队的帮助下准备了很久，可以说从那一次后，我就告诉自己，此生再不碰拉三。一席话听得场上诸位大佬都笑了，跟着就是一阵神色严峻的看向场上那道年轻身影。林老，你说他真的做得到吗？众人的疑问刚刚浮起，蓦然一声有力的壮音，沐尘双臂砸在了琴键上，瞬间手臂高高扬起，像是惊涛骇浪的一只海燕，迎着逆风冲向曙光。噔<灯>，连绵不绝的琴声响起，犹如金钟敲击在众人心灵。 让在场所有人都不由心中一颤，要开始了。林老目露奇异的光芒，呢喃一声，不自禁感觉身体有一丝兴奋，被他强行按捺下来，跟着身子微微往前一坐，目不转睛的盯着场上那道身影。为什么？我感觉浑身有一股热血要喷涌上来了。一群围观学生们直勾勾盯着牧晨，刹那神色通红。随着下一段琴声的响起，这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齐齐看向牧晨，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一个人，这是属于牧晨的时刻。 大师级声乐能力，大师级乐曲技巧，神之听觉，全部绽放吧！下一秒，牧尘双手迅速跳动，速度比刚才快了一倍，疯狂的指法，各种弦音越来越激烈，传递出一股浩浩荡,荡荡的旋律。荡漾的琴声中，牧尘犹如一位神，钢琴是为他而生，绽放出一种最迷人的气质。这不可能！赵子阳都看呆了，看着牧尘嘴角优雅撅着一道笑意，双眸清澈有神，浑身气质和钢琴的高雅融合在一起。 他的双手行云流水的在琴键上跳动，身子微微扭动，随着音符的节奏，展现出更加深邃迷人的魅力。天呐，哇哇哇，好帅啊！咕噜，现场一群女学生彻底花容失色，不是因为恐惧、惊讶，而是震撼、沉醉、极致愉悦。之前赵子阳表演时带给他们的感觉，就好像电动玩具开到了一档，有点爽感，但也只是有那么一点而已。但此刻，当牧尘坐在那个舞台上，双手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时，这些女生们全部双眼迷离。 身体剧烈的颤抖中，仿佛开到了三档、五档，不是八档、十档，甚至连灵魂都在一起站立。不仅是他们，在场一群大师，随着牧晨弹奏的琴声，一股股心灵震动冲击而来，每个人都情不自禁的站立起来。宋海燕，这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震惊的站起了身子，目不转睛的盯着牧晨。李云流露疯狂的目光，看向牧晨，炙热无比。金陵大学音乐学院两位正副院长一脸陶醉，几秒后火热的盯着牧晨。 仿佛看到一位杰出的青年大师在他们手上徐徐升起。至于林老，他脸色平静多了，但也只有他才能感受到自己心底深处的那一缕隐藏的惊骇。噔噔噔，牧尘十指跳跃如飞，胸腔喷涌,涌出一股澎湃的动力，仿佛回到了拉赫玛尼诺夫那个时代，感受到了他的心绪强烈有力，对钢琴的狂热钟爱，这使得他更加澎湃。为了宣泄那一股情绪，牧晨的食指再次飞奔到了极致，仿佛幻化作一架架轰炸机，对着黑白琴键狂轰滥炸，各种音符和弦交叉。 宛如惊涛骇浪，一浪盖过一浪。我的天，这这也太妖孽了吧！不远处，刘云一脸目瞪口呆，感觉自己的见识彻底升华了。至于叶飘音，被小薇等人则是一脸惊喜，炙热的盯着牧尘，身躯随着牧尘的音浪飙升，彻底滚烫火热起来。可恶，这小子！方平则是咬牙切齿，看着牧尘再一次大出风头，气得脸都青了。不仅是他，赵子阳更是傻眼了，他感觉自己的腿有点发软，要不是扶着椅背，他都能软在地上。 牧晨的双手跳动在黑白琴键上，发出的音浪就好像古时候的大侠，发出一阵阵音波弓打在他的五脏六腑，让他差点一口鲜血喷出去老远。他怎么做到的？赵子阳面色阴沉，双眸彻底失去了活力。轰隆！不知多久过去，当一股庞大沉重的情感震撼力席卷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躯体和灵魂后，斯坦威名琴更是经受了牧晨几十分钟的狂轰滥炸后，终于随着最后一个琴音，在牧晨一抹温暖如风的笑意中，缓缓停下了摇曳的怒吼宣明，琴房一阵静谧。 叶飘音这一刻呼吸都快停下来，他感觉身体仿佛飞到了九霄云端，脑海里一片空白，嘴巴情不自禁的张大，要不是最后一股意识在克制着自己，他都能发出一声最为有力的尖叫。这就是牧尘的真正实力。他笑了，在最后一刻失去了所有力气，看着那道身影是如此的痴迷。啪啪啪，几秒后，全场猛然爆发一股更为惊人的鼓掌声，所有围观者彻底疯狂了，一个个怒吼尖叫，挥舞着拳头，仿佛见证了一位神的诞生。看向那道身影。 充满了火热、疯狂的崇拜，完美，震撼，不虚此行。宋海燕、李云、赵院长等人纷纷起身，手掌使劲拍着，都快红了，也没停息下来。各种毫不吝惜的赞美从他们口中传了出来。年轻一辈无人能够超越他。几秒后，林老满脸复杂的站了起来，看向牧晨的目光充满了欣赏和震撼。老师，听到林老这个评价，赵子阳的脸一下变得苍白无比。老师，这个评价也太高了吧？拉三而已，我也能谈，我现在就上。 他咬咬牙，就要走到钢琴边坐下，林老站了出来，将弟子拦下，目光微转，看向牧尘，突然开口道：“牧尘，你对子阳刚才的弹奏有何评价？”这，牧尘的心神从那一刻的疯狂中抽离而出，几秒后，他淡淡一声：“第三段第六节。”没再多说什么，但林老的目光猛地亮起，他果然发现了，好惊人的听觉！子阳，你输了。旋即，林老叹了一声，目光复杂的看向弟子，老师。 赵子阳脸色一震，充满愤怒，眼角不可置信之余，逐渐转为一丝深深的不甘。牧晨说的很对，你在第三段高吹点时，你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节奏加快，但实则你的手指已经不稳，这让你的演奏出现了一丝颤音。虽然这个颤音被你很快的掩饰过去，但是它出现就是出现了，所以它是一个瑕疵。还有第六节也是一个败笔，观众们都没听出了，但是几位大师们听出来，老师我听出来了，牧晨也听出来了。林老的话就像一把钢刀，深深的刺在了赵子阳心里。 他的脸色刷的又白又青，咬咬牙跟着说道：“老师，我不服！你不服什么？”林老看着自己的弟子，心中叹气一声：“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三协奏曲啊，整整十四万个音符，不看曲谱的情况下，我不信他刚才弹奏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赵子阳急声道，试图扳回一点信心：“你们听出来了吗？”林老看向其他几位大师：“拉三有三个乐章，我听得很仔细，但我没听出来哪个音节错了。”青年钢琴家李云第一个发声。 微笑看了眼沐辰投去一道善意。沐先生有空希望和你交流下，一定。沐辰投以微笑，轻松的姿态，更让一旁诸多明白事理的人心中大惊。那可是拉三啊！这家伙行云流水的演奏一遍拉三，结束后居然一点疲惫感都没有，这是多么可怕的精神和体魄呀！长达四十分钟的弹奏，我没有听出来任何细节有错的地方。宋海燕也是缓缓摇头，一副凝重之色。不知林老有何意见？不会的。 那小子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听到几位大佬都摇头表示没有错误节点，赵子阳的神色更难看了。他将希望投向了自己的老师，在万众瞩目下，林老先是悠悠一叹，这才一字一顿、抑扬顿挫的声音响起：“十四万个音符，可以说一点瑕疵皆无。”他完美的做到了，这种实力我都做不到。林老看向牧尘的目光充满了惊叹。不，赵子阳仿佛听到自己心底碎裂的声音，脸色一阵阴晴变化。他突然深吸一口气，苦笑起来：“好吧，我认输。”他也不傻。 再追究下去，只会体现出他的心胸狭窄，让几位大师看低他。但是，赵子阳蓦然抬眸，露出更加战意昂扬的目光，嘴角一勾，直直盯着牧尘。牧尘，这一局是我输了，我还想和你再比一场。你不是会作曲吗？我也会。这一局我们比原创，正好我最近做了一首曲子，想向你讨教讨教。一席话说完，四周各位大佬都笑了，这也说得过去。场上的年轻人是林老的关门弟子，林老虽然也是钢琴家。 但他的实力更体现在作曲上。赵子阳师承于他，想必也学了不少本事。当即，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宋海燕微微一笑，点头示意道：“有意思，我倒是很很好奇，林老亲自教的徒弟会做出一首怎样的曲子？音乐是不会说谎的，好的曲子会征服人心。”赵院长更是笑眯眯的，一脸兴奋。不管怎样，赵子阳也好，牧晨也罢，都是他们金陵大学的学生。今天这么多位大佬在。 不管谁更优秀，传出去也是金陵大学出名。看见弟子那充满战意的目光，林老欣慰一笑。他不怕弟子输给别人，就怕输了以后一蹶不振。更何况，子阳所做的那曲子也是极好。当即，他淡淡一笑，看向牧晨，年轻人，你觉得如何？比作曲？”牧晨沉吟一番，眼眸明亮的开口问道：“是现场作曲，还是随意？只要是你自己做的曲子就行。”林老爽朗一声道：“那行。” 这下牧晨更没什么怕的了，点头表示同意。嘻嘻，比作曲，牧晨还没怕过谁呢。叶飘音在一边更是美眸异彩闪烁，心中都快乐开花了。这简直就是白给牧晨刷名气啊！他才刚做了一首曲子，咦，叶的钢琴曲这么高水准的水平，足以征服在场所有人。子阳，那你便演奏一番，那几位大师点评点评。林老朝弟子点点头，眼里一丝欣慰浮现。其他人见赵子阳一脸自信，再加上林老似乎对这一局比试也颇有期待，不由心中一笑。 都坐直了身子，想要看看林老亲自教导的弟子会有怎样的表现，是惊艳亦或者普通水平？哈哈，今天可真是过瘾啊！现场围观的一群学生都双眼放光，看到两个天才竞争，给大伙带来听觉上的极致享受，此刻就更加期待了。各位，我给大伙带来的曲子叫做《夜的星空》，这是一首适合在深夜放空心灵、细细聆听，带来极致静谧的梦幻钢琴曲。赵子阳神秘一笑，走上前，自信的鞠躬一礼，随后坐在三角钢琴前。 夜的星空，听名字就挺有意境的，不知道感觉怎么样？赵学长说的还挺自信的，原创编曲啊，这可比弹琴难多了。四周围观群众的议论声还没停，陡然一声悠扬的开头在耳边缭绕回荡响起，这曲调，李云的眼眸猛的一亮，好美的一首曲子。刚刚从雷霆磅礴的拉三回过神的宋海燕，原本心情是激动的，但在这一首曲子响起后，那澎湃的心绪蓦然安静下来。夜的星空，整个琴房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学生不自禁微微闭眼，感觉浑身舒服极了。夜的星空莫名的好听，安静舒适的音调诠释着夜空的魅力。子阳的确是个有天赋的孩子。林老看着爱徒轻抚黑白琴键，嘴角一抹怡然自信的笑容，此刻也不由露出欣慰之色，眼神里毫不吝惜的欣赏。而随着赵子阳的弹奏下去，更加轻缓灵动的曲调飘荡在众人耳边。啊！所有围观的学生，包括一帮乐坛大佬在内，一时间都听得痴在了原地。好好听的曲子，夜的星空好美呢。 有人失声呢喃，眼眸无尽的欢喜，几秒后又陷入那深深的陶醉中。这曲子，刘老师浑身一震，流露震惊。意境柔美，曲调流畅，太美了！这曲子太优美了，又是一首经典。青年钢琴家李云金芒闪烁，双眸微闭，沉浸在赵子阳的演奏中，而他的心底则惊骇的失声大叫：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妖孽了吗？林老，这是又培养出一位大师来了呀！其他乐坛大佬也是感慨无比，一边倾听，一边露出沉醉的表情。 唯独场上几人的神色猛然变化，牧晨双瞳冷缩，下一刻眸光如利剑，直直射向赵子阳的方向。这牧晨，这不是你的曲子吗？身边叶飘音听着这宛如熟悉的曲调，跟着露出不可置信的目光，心中惊叫起来：怎么可能？他怎么会弹奏牧晨的这首曲子？夜的钢琴曲。这两天牧晨弹过这首曲子给他听过，相比起梦中的婚礼，叶飘音更喜欢这首曲子。昨天一晚上缠着牧晨弹了好几十遍，听都没听过瘾。可现在。 虽然赵子阳将其中一些节奏和和弦音符更改了，但叶飘音还是立马就听出来，赵子阳弹奏的曲子和叶的钢琴曲起码有六十的相似地方。沐尘也一脸惊讶的皱起眉头，仔细聆听了一会，他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赵子阳弹奏的正是叶的钢琴曲的曲调，虽然赵子阳改了大部分音符节奏，但原型还是属于叶的钢琴曲舞。只能说他的手段不错，一番改良升华了整段和弦曲调，使之更加完善，带着丝丝淡淡的惆怅，似猫尾挠心，让人欲罢不能。 一首两分十秒的《夜的钢琴曲舞，在赵子阳手中脱胎换骨成一首两分三十秒的新曲子。一曲结束，全场静谧，灯火星星，人生杳杳。一曲道尽夜空孤零，物换星移几度秋。一声幽叹从林老口中传出，他浅浅微笑，以一诗盖定评价，显示出他对弟子这一首曲子的喜爱。而观众们也如梦初醒，几秒后全场沸腾。好听，这曲子太好听了，这是我听过我最美的曲子，直击我的心灵，感觉灵魂被净化了一样。 一时间，在场众人目光炙热地看向赵子阳，而对方正一脸淫笑，谦虚地接受众人的赞美。无耻！默然，人群里一个涨红了脸的身影跳了出来，蓦然尖锐的声音回荡在全场：“剽窃！这分明是剽窃！”张文气的肺都快炸了，目光直勾勾看向牧晨，急得眼红脖子粗的指着赵子阳大叫：“老三，你快说啊！这家伙分明是剽窃你的作品，还什么夜的星空？我呸！跟夜的钢琴曲相比，他就是渣！”赵子阳。 你他妈敢对着老天发誓，这首曲子是你做的？张文的话就如一颗惊雷，震惊了整个琴房。林老的脸色一愣，跟着就拉下脸来，眯起了双眼，直勾勾盯着张文。其他人更是惊呆了。剽窃？什么意思、啊？难道是说赵子阳的作品是剽窃的，还是谁剽窃谁？大佬们都皱起了眉头。不管在哪一行，剽窃可是个令人厌恶的行为。一旦被揭穿，那就如过街老鼠，是要人人喊打的。一时间，整个琴房再次沸腾起来。 围观的学生们睁大了眼眸，一个个兴奋的很。这事情可闹大了。此刻，张文一副着急的表情，实在是看不得赵子阳那副嘴脸，冲到沐尘跟前，激动道：“老三，这家伙就这样剽窃你的作品，难道你还不吭声吗？”他张牙舞爪着，就差扑上去将那家伙的嘴脸揭穿，显露在众人跟前。《夜的钢琴曲》这两天他可是一首一首往网上注册版权的。张文毕竟也是学过音乐的，对琴谱也是熟知的，所以当赵子阳弹了这首曲子出来。 他百分百就认定对方是剽窃了牧尘的创意曲子改编来的，因为牧尘不会骗他。你小子放他们什么狗屁呢？赵子阳还没说话，一个嘲笑的声音就响起来。方平走了进来，阴阳怪气一笑，为赵子阳撑腰道：“你说这话可得有证据，别血口喷人，无耻！”看见方平一副替赵子阳出头，嘲笑着他人，而赵子阳则是一副淡定自若的表情。叶飘音也气炸了，感觉从未有过的愤怒，漂亮的脸蛋都气红了。刘云老师，林老，他站了出来。 轻咬红唇，吐字清晰道：“赵子阳弹奏的曲子，的确跟牧尘此前创作的一首曲子极像，而我敢肯定，这一首曲子牧尘才是原创。”此言当真？叶飘音毕竟是网上极有名气的美女主播，她一开口，众人神色都严峻了，知道事情严重了。当真？叶飘音替牧尘叫屈道，神色极为严肃：“牧尘，你说我创作的曲子是向你剽窃的？”也就是这时，赵子阳开口了，一开口就是不屑一顾：“亏你这种话也能说得出来，证据呢？” 还有，这曲子是我想了许久，终于在前天一时灵感爆发后而创作的。当时还向我老师请教了，他老人家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众人的目光顿时看向林老，林老目光凝重，沉吟一番后点头：“不错，的确是前天白天，子阳回来说他灵感突来，创作了一首曲子。当时我听了也甚为惊艳。”说到这，他深深看了眼弟子，对方一脸坦然，还带着点被人冤枉后的愤怒，不像是做个样子给他看的。再加上十年的师徒感情，让他相信赵子阳应该不会骗他。 那牧晨和他的朋友这么一说，又是什么意思？林老当即扭头看向牧晨，带着一抹肃然神色，开口询问：“年轻人，你朋友说我徒弟子阳创作的这一首曲子是剽窃于你的曲子创意？”这略微犹豫，牧晨终究是点点头：“对。虽然《夜的钢琴曲》这一系列曲子是他动用了诗词、小说、乐曲回荡版道具而得来的，但在这一个时空，他的确是真真正正的原创编曲人。而赵子阳的行为，无疑是在玷污这神圣的曲子，是对任何创作人最大的侮辱和蔑视。” 他绝不容许赵子阳如此行为，林老，这曲子的确是我创作的。顿了下，牧晨开口道：“我创作的曲子叫《夜的钢琴曲》，而赵子阳的曲子跟我的曲风和曲调有六十以上的相似。”说完这句话，牧晨径直走过去，坐在琴椅上开始弹奏，一如既往的惊艳。当夜的钢琴曲舞这首曲子在牧晨手中缓缓流动而出，一时间整个琴房安静下来，舒缓的曲风，悦耳的曲调，所有柔美。 所有幻象仿佛化作那深沉的夜，星空点点繁星，寂静无声，晚风轻抚，夜色极美。在这一个美丽的夜晚，所有人都听得吃了，这这曲子也好美，好好听。男神出手，不愧是精品。几秒后，琴房炸了，大部分女生两眼放光的盯着沐尘，所有人议论纷纷。而几位大佬听到另一个版本的《夜的钢琴曲》也瞬间傻眼了，这两人的曲子风格和曲调也太像了，这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两人到底谁剽窃谁？为什么我感觉好像牧尘的作品给人更加出色的感觉？不不不，林老的高徒其作品更加优秀。在我看来，我反而更喜欢《夜的星空》这曲子的风格。一时间，整个琴房分成了两派，一派喜欢赵子阳的曲子，一派喜欢牧尘的曲子，两派争论不休，隐隐间竟似乎打了个平手。所有大佬的脸色更加沉重了。如果说牧尘的作品很普通，而赵子阳的作品如此优秀，那么主观印象。 他们自然会认为是牧晨剽窃了赵子阳的灵感，但此刻牧晨的作品竟也是如此的优秀。当然，林老的高徒赵子阳本来就名声在外，而且他有林老这个国内作曲界宗师级的老师在支持他，众人也不敢妄下评判，更不会说赵子阳是剽窃牧晨的灵感。这下事情可难办了，众人苦笑着对视，都感觉棘手的很。剽窃他人作品在乐坛也是大事一件，没人希望自己的作品精心创作出来却被他人无耻的剽窃盗用，那对整个乐坛的风气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所以今天这事一定要分出个端倪来。几位大佬们互相讨论一番后，决定认真处理此事。随后，林老看向场上两人，一人是他的爱徒，一人是另一个青年才俊，钢琴天才。你们都是前天把曲子创作出来的。蓦然，林老像是想到了什么，严峻的朝两人发问道：“对。”牧晨回答很快，怯怯说：“是临近中午的时候，我在学校琴房来了灵感。”赵子阳也迅速回答道：“学校琴房。”牧尘听到赵子阳的回答。 蓦然，金芒一闪。没错，我第一次弹奏夜的钢琴曲，不正是在学校琴房吗？难道？他扭过头看了眼赵子阳，对方眼神毫不掩饰的鄙夷。靠，装的还挺像，一脸的委屈。牧晨快气疯了，这个赵子阳可真他妈的无耻！牧晨咬咬牙，随后郑重看向林老，沉声道：“林老，我也是在学校琴房将夜的钢琴曲这一首曲子创作出来的。我敢肯定，在外部环境下，我只在学校琴房里弹过这曲子一遍。那简单了。” 听到两人这么一说，众人醒悟过来。刘云站起来，郑重道：“既然你们两个都在学校琴房待过，那说明曲子应该是在那一段时间泄露的。至于是谁剽窃谁，那就有待考证了。”我知道了。张文猛地跳起来，激动道：“琴房有监控，看一看监控视频就知道了。”没错。众人眼前一亮。刘云朝赵院长点了点头，对方也一脸凝重，明白了刘导的意思。很快，赵院长让学校保安部的工作人员取来一台平板电脑，调出琴房当天的视频监控。你们看。 视频画面迅速快进，突然，方平指着视频里大叫一声：“是子阳！”就见画面里赵子阳悠悠然走进一间琴房，关上房门后，因为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的缘故，众人并没有听到任何钢琴曲的声音。子阳是十一点进入琴房的，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林老淡淡一声道。众人继续往下看，也就是这个时候，牧尘抬眸，迎面对上赵子阳那目露讥讽的神色，还有一丝隐藏的邪魅眸光，有点不对劲。沐晨皱了皱眉，而这时，视频快进。 一道身影出现在画面里，是牧晨。方平再一次大叫起来，指着画面，金芒闪烁道：“你们快看，牧晨是十一点半才进的琴房，而他的房间就在赵子阳隔壁。”犹如一声惊雷，所有人猛的身子一震，齐齐看向牧晨。视频继续进行下去，画面里的时间显示，牧晨在琴房里待了约莫五分钟后，后便走出了琴房。而在牧晨离开大约二十分钟后，赵子阳的身影出现在视频里，一脸从容笑容，像是收获了什么，开心的离开了琴房。事情一目了然了。 蓦的，方平一声大叫，用最为鄙夷的目光看着牧尘。牧尘，你还说你不是剽窃子阳的作品？难道你在琴房里只待了五分钟，就能创作出一首经典的的曲子？也太夸张了吧！分明是你在琴房听到了隔壁琴房里赵子阳弹奏的曲子，一时间来了灵感。我不否认你是钢琴天才，所以你足够在那么短的时间记一下所有音符节奏，而后记录成乐谱。之后你回去将这曲子进行改良，剽窃创作为属于自己的作品。但事实上…… 你不过是剽窃了子阳的创作灵感，无耻、卑鄙、下流！牧尘学弟，我真是高看你了，以为你是个优秀的人，但实际上你就是个龌龊的剽窃者。说完，方平一口唾沫吐在了牧晨身前地板上，一脸傲然，还有深深的嘲讽。而他的话也彻底惊醒了所有人，好像说的还挺有道理。方平的推理逻辑似乎毫无问题，说得过去。有人开口道，显然认可了方平的说法，的确是这个道理。我们搞音乐的。 都知道编曲有多难，更别说一首经典了。其他人附和道，一时间，众多怀疑的目光齐齐看向牧尘。牧尘，你有什么解释？林老皱起眉头问道。我，牧尘也愣住了，好半天，他才醒悟过来，自己他妈的被赵子阳和方平两人给坑了。他没有想到，自己那天在琴房，赵子阳居然也在。而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他将夜的钢琴曲弹出来后，被隔壁房间的赵子阳听了过去，而他现学现卖。 改了一通后，当做是自己的作品，还拿给他的老师，也就是林老点评。更可恶的是，现在赵子阳反而倒打一耙，诬陷他剽窃了他的作品。这视频一定被方平和赵子阳动了手脚。牧晨心底咬牙切齿，恨得不行，只是他的脸色依旧平静，但看在有些人眼里就是心虚，害怕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呵呵，还天才，男神，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卑鄙小人。方平再次讥讽道。而牧晨的沉默，看在几位大佬眼中，也的确像极了无话可说。 因为事实摆在眼前，视频里的内容他们都看到了。牧晨同学，难，难道你真的是剽窃了他人的作品灵感？赵院长眉头一皱，不悦的看向牧晨。牧晨，你快解释啊！刘云急了，朝牧晨猛打眼色。但牧晨这一刻像是失神呆住了一样，一句话都没说。解释，他能有什么解释？另外一位乐坛大佬冷哼出口：“刚才他就看这小子不对劲，以前居然没听说过他的才华，还当是天才呢，原来都是假的，估计是哪个有钱人的公子。” 从谁手上买了几首曲子？趁着机会想一举成名呢？不过这小子一首琴技还真是不凡，可惜品行不行，不然以后成名了还得了？我们这些老头子都不用混了。那位大佬虽然都成名已久，但回想去牧晨之前的炫技，也不由一阵酸溜溜的。不，不可能是这样的！张文傻眼似的看向牧晨，几步憋红了脸色。不只是他，刘浩源等人也冲了进来，咬牙咆哮道：“你们知道个屁！牧晨是个天才，他怎么可能剽窃赵子阳的作品？天才，谁承认了？” 方平趾高气扬的一笑，满心的鄙视。就这样品行，你们谁服气？他看向全场学生，不服。一些学生原本就羡慕嫉妒着，看到牧尘一句话都不解释，只当他怂了，瞬间就是高喊出声，幸灾乐祸的声音此起彼伏响起。牧尘，你快解释啊！叶飘音也急了，拉着牧尘的衣角，都快哭了。不是吧，男神居然是这样的人？小薇，你怎么看？被小薇身边的闺蜜和同学一个个瞪大眼睛，好半天，露出失望的表情。 牧尘，你快说，你没有这么做，对吗？贝小薇推开人群走了过去，来到表姐身边，同样用着急的神色盯着牧晨。只是牧晨一动不动的，像是被吓破了胆，亦或者找不到任何正当的理由来解释事情的真相。呵呵，我都说了，事情一目了然，否则你们如何解释这视频里的内容？傻子都能看出来，是赵子阳先弹奏了这首曲子，然后牧晨听到了进行剽窃。方平的声音再次响起来，当然，我们也能找当天去过琴房的同学作证。 但这就没必要了，因为谁都能看出来事情的真相。牧尘，我想不到你的品行会如此的恶劣。赵子阳也跟着开口了，他一脸的感伤，似乎很有感触的说道：“其实作为同龄人，我很欣赏你的才华，但是你为了出名，也不能剽窃别人的作品啊！”不，牧尘不会的，他不是这样的人。听到赵子阳如此痛心疾首的话语，叶飘英脸色大变，更加着急的维护牧尘，急得脸色都白了。呵呵，那你如何解释牧尘学弟的行为呢？ 方平又抛出一颗炸弹。据我所知，牧尘学弟以前没表现过相关钢琴弹奏实力吧？而且牧尘学弟是物流专业的，跟编曲音乐什么的更是一点搭嘎的关系都没有。但最近牧尘同学却是有点突出啊！地花之秀都没你这么秀，一连拿出两首经典。哼，真当经典是大白菜，说来就来啊！赵子阳继续冷嘲热讽着，着眼神里隐藏不住的激动。哈哈，牧晨，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得意下去？想到这，他目光隐蔽的瞄了眼方平。 两人视线交流，同时闪过一道得意和兴奋。幸好我够小心，否则的话，现在出丑的人可就是我了。想到了什么？赵子阳心里说不出的怪异，还有一丝变态情绪，让他的五官显得有点不自然。他怎么样都没想到，那天在琴房弹奏出如此美妙乐曲之人，居然是沐尘。毕竟是剽窃了他人的原创曲子，这几天赵子阳的心情都挺忐忑不安的，生怕被人发现。出于谨慎的心思，他白天提前到了学校，找了监控视频一看，结果发现这惊人的一幕。 这一下可把他给急了，没办法，他只能找到方平求救。方平是学生会副主席，又有钱，一听说这事，计上心头，他找人买通了保安，调出来视频，又在最短的时间请了一位电脑高手剪辑了视频的画面，一混搭，变成了另外一番内容。方平也很兴奋，他之前被牧晨落了面子，早就看他不爽，这次出手既卖个人情给赵子阳，又能让牧晨翻不了身，简直是一箭双雕，想想就爽爆了。一时间，牧晨仿佛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他。 却是不闻不问，站在那里镇定自若。唉，原来男神是这样的人啊！方平学长分析的好有道理，我看啊，男神真的是剽窃了赵子阳学长的作品，就是为了出名，他他也太坏了吧！一群女生们失望的摇头，还有一些真正热爱音乐的学子，看着牧晨的目光充满了深深的鄙夷。学生们的议论传到了现场几位大佬耳边。唉，看走眼了。李云低下头，有点后悔，之前不应该跟牧晨发出那个邀请的。不会吧？刘老师也有点懵逼。 他是最信任牧晨的，但是方平刚才一番推理却是让他无话可说，想不到反驳的理由。情技惊人，可品行实在恶劣。良久，林老看着牧晨，眼中闪过一道厌恶。他是一代大师，一生热衷于音乐，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败坏乐坛风气的家伙。一时间，林老气得面色铁青，差点痛骂出口。哼！林老一声冷然话语响起。年轻人想出名无可厚非，但做事不能如此偏激。此事既然被我知晓，我会通报各大音协，彻底封杀如此行径。 至于牧晨，你以后我不想在音乐界看到你的身影。林老站起身，看都不看一眼牧晨，哈哈。而听到老师的话语，赵子阳彻底兴奋了，激动的握紧双拳，下一刻跳出来叫嚣道：“牧晨，滚吧！这神圣的情事，不容你这种龌龊小人玷污！”他开始谩骂起来，却没有人露出不悦的表情。毕竟牧晨的做法实在太恶心了，滚出乐坛！钢琴不容你玷污，滚出去！群情激愤，在赵子阳和方平带节奏下，一群学生发出愤怒的怒吼。 不是这样的，牧晨不是这样的人。叶飘英浑身颤抖，急得都快发病了，身体站立不稳，还好被小薇眼疾手快，连忙扶住了他。表姐，要不我们先走吧？他咬着嘴唇，看向牧晨，呵呵。也就是这时，牧晨终于回过神来，发出一声笑声。你还敢笑？赵子阳皱眉，看到叶飘英被小薇等人还在维护他，嫉妒之火彻底燃烧，冷笑道：“怎么，被人揭穿了丑恶嘴脸，你还有脸活下去？音乐界就是有你这样的人。” 才变得乌烟瘴气。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和老师在，绝不允许。话没说完就被牧晨更加爽快的大笑打断。你说的没错，神圣的琴房的确不容一些卧槽卑鄙之人玷污。他一边笑一边走向三角钢琴。你说我剽窃你的作品《夜的星空》？呵呵，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首普通的曲子罢了。否则凭你的本事，你能创作出一首经典来？也罢，你们既然都认为我是剽窃，我不配在这黑白琴键上弹奏，那么今天我便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配与不配？林老，夜的钢琴曲实则是一个系列，有三十一首曲风。您老听好了。牧尘转而看向林老等人，轰然之间，他食指猛然跳动，开始弹奏了。黑白琴键齐动，一首崭新、悦耳的曲子骤然奔放而出。牧尘嘴角一勾，一边弹奏的同时，轻轻呢喃：“夜的钢琴曲一，献给这神圣的琴房。”刹那，一首变奏乐曲从三角钢琴的共鸣箱飘荡而出，轻柔优美的曲调。 瞬间像是一阵微风，席卷了每个人的心头。这林老当场眼皮一跳，但这还没完。当牧晨弹完第一首《夜的钢琴曲一》后，他悠然一笑，食指再次摆动，仿佛精灵一般，开始了新一轮的盛宴之舞。《夜的钢琴曲二》献给李斯特，他悠然一笑，一曲终了，牧晨的手指再次提起来，《夜的钢琴曲三》，嗯，献给莫扎特吧。牧晨悠然一笑，眼眸清灵，气质如风，再一次敲响了琴键。 伴随着一首悦耳而又焕然一新的乐曲回荡在耳边，整个琴房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气氛中。很多原本正朝牧尘辱骂的学子们都不自禁的放下手，脸色呆呆的，心脏剧烈的跳动起来。什么？还有，这这家伙到底编作了多少曲子？夜的钢琴曲四，夜的钢琴曲五，夜的钢琴曲六。十几分钟后，整个琴房宛如成了牧尘一人的独奏舞台。在那优美的旋律下，无数人的脸色开始大变，林老惊呆了。不仅是他，宋海燕、李云。 赵院长、叶飘音、贝小薇、方平等等一个个都已经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身子任凭胸腔里一股热流冲击着全身。这这曲子竟然有三十一种变奏曲风，这这怎么可能？林老双眸瞪眼，老脸一阵涨红。那是因为极致激动而形成的。赵子阳，你说是我剽窃了你的曲子，那你可要听好了。牧尘食指在黑白琴键上跳动，表情平静淡漠道：“三十一首曲子，三十一种曲风，由主旋律变奏而出，我倒要看看。” 你那首所谓的自己创作的曲子，能和我的哪一首曲子相提并论？所以，到底是谁剽窃谁？《夜的钢琴曲》这个系列总共有三十一首曲子，每一首曲子都堪称经典。在牧尘弹出第一首曲子时，众人还略微发愣，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何在。但当他弹出第二首、第三首，乃至到了第十首曲子后，整个琴房彻底沉落了，现场响起一阵阵天籁之音。有灵魂的曲子总能感染情绪，撩动人心。 当牧尘修长的双手在黑白琴键上滑动，悬空显示出一道道优雅的轨迹，在伴随着那空灵美妙的乐曲响起，他的神色怡然从容，眼睛更是透露出一种深邃迷人的气质。整个世界仿佛成了他的舞台，而他还不仅于此。当第二十一首曲子落下，全场静谧无声的时候，牧尘悠然一笑，嘴角微咧，看向了场上的赵子阳。他早已神色苍白，流露惊骇欲绝之意。赵子阳，你不是说我剽窃了你的作品灵感吗？让你倒是来点评点评我这所谓剽窃之人创作的乐曲。 比之你的曲子，到底谁更优秀？一言出，牧尘食指再次跳动，宛如钢琴王子在预示着那神圣的音符，一阵阵优美的旋律升空而起。这是夜的钢琴曲二十二，同样也是这个系列的一大经典，经典之作，就像最强的武器，足以横扫一切，睥睨天下。不，不可能！赵子阳脸色更白，刹那头皮发麻，只感觉一阵阵浪潮冲击耳边。他本来想嗤之以鼻，冷笑着回骂一句，但话到了嘴边，听着那美妙的曲调袭来，他硬生生止住了一切言语。 呆呆的沉浸在那音乐浪潮中，就仿佛武林高手在比拼一样。还未出招，神念先至，而他已经被那恐怖而又强大的实力硬生生给碾压在地上，狠狠摩擦。啊！下一刻，一声惨叫，赵子阳如遭雷击，整个人剧烈站立，猛地瘫软在地上。那满腔的高傲和自负，在这一刻被硬生生的摧垮，化为粉碎。不好！旁边方平吓尿了，脸色一片铁青，做梦都没想到，牧晨居然还有这么一手。而沐晨的表演依然在继续。 死子，林老发出一声苦涩至极的长叹，眼里无法抑制的震撼，嘴巴更是张圆，久久无言。三十一首，竟然有三十一首曲子，有这样的创作灵感，他怎么会去剽窃他人的作品？特别是这每一首曲子，听着都是如此意境深刻，曲调动人，犹如深夜打开了一瓶美酒，细细品味之余，带来无限的愉悦感。宋海燕同样激动，身躯站立。不只是他，全场诸位大师这一刻都忍不住面露凝重，微微闭眼，沉浸在那美妙的天籁之中。 哎呀呀！我不服，你的曲子怎能有我的优秀？经典，随便做几首曲子也敢称经典？沐尘，你不要痴心妄想，以为大伙都会受你的骗。那头赵子阳还在不断叫嚣，只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却是如此的无力，毫无底气。你分明就是盗用我的灵感，剽窃我的思想，你不配与我相提并论！地面上，赵子阳被打击的整个人像是疯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还嘴硬。 牧晨望向赵子阳的眼神，就如同猎人见到了猎物。他冷然一笑，一首《夜的钢琴曲二十二》结束后，在那尾音还在颤鸣的时候，他猛地一砸琴键，一首《夜的钢琴曲二十三》华丽响起。半分钟后，在众人惊骇而又陶醉的目光下，牧晨双手弹琴，目光悠然看向了宛如疯魔的赵子阳。“你说我的曲子剽窃你的《夜的星空》，可你怎知这曲子我早有灵感？当日所作，乃是三十一首，曲曲不同风格。而你只做了一首，居然胆大妄为。” 反而诬陷于我，牧尘一笑，调侃道：“也不知是谁人给你的勇气，哼，都没你这么秀，难道你就不怕谎言被拆穿，阴谋败露吗？”“不，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诬陷你，是你剽窃我。”赵子阳脑子已经有点混乱了，语无伦次的说道：“有病吧你！”牧尘冷笑，冷然怒骂道：“我三十一首曲子，有必要去剽窃你？再说了，我的曲子每一首都比你优秀，为之经典。这可不是我说的，你看看现场众人的神情就知道了。”一席话。 听得赵子阳差点吐血，他扫了眼全场，内心深处一股恐怖无力感缓缓蔓延开来。整个琴房鸦雀无声，所有学子都陶醉在牧尘那美妙的音乐当中。证据，你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剽窃你。几秒后，赵子阳强行狡辩道：“好，那你再听好了。”牧尘食指再次扬起，喝道：“夜的钢琴曲二十四，灵感同样来自于静谧之夜。”一阵弹奏结束，牧晨金芒爆闪，这就是证据。在音乐的过渡。 音乐是有灵魂的，它是真实的。你不懂，不代表在场各位大师们不懂，更不代表人们就要被你给忽悠蒙骗了。同样的曲子，同样的曲风，我之意境、深度彻底碾压于你。你那所谓的夜空，不过是小儿涂鸦之作，只剽窃我这一系列曲子的半点精华而已，也敢妄称是你自己本人所作，当真是可笑至极！不，赵子阳已彻底失控，发出颤抖的声音。不服？好，那再来。牧尘冷笑，食指再动，很快，《夜的钢琴曲二十五》。 夜的钢琴曲二十六连绵而出，仿佛一座座大山狠狠压向赵子阳。听好了，我这些曲子都以夜的钢琴曲为主题，其中意境各有不同。而你，你的曲子又有何神韵？没有，一丝都没有。我只看到了满满的龌龊、卑劣，令人恶心。一席话听得赵子阳心跳加速，如有万把钢刀直刺内心。他也是一代天才，也有自己的尊严和傲骨。但当此刻牧晨的话语袭,袭来，终究是心中有鬼，竟是被吓得手脚冰凉，凄凉哀嚎。 我，赵子阳苍白一片，脑海一片空白，竟是找不出任何狡辩的借口。牧尘再次弹奏，当头怒喝：“三十一首曲子，你如何抵挡？我之意境彻底碾压于你，我之灵感彻底超脱于你。现在，你还有脸面说我是剽窃你的作品？呵呵，你真当在场众位大师的耳朵是聋的，当他们是傻子，不懂分辨？林老有你这样的弟子，何其不幸！若我是你，从今日起便宣布退出音乐界吧。”一口气说完这些话，牧晨再无顾忌。 眸光清灵，气质洒脱，食指在黑白渐渐跳跃，一首首曲子从他手中绽放于世。夜的钢琴曲，三十一首之后，整整半个小时，整个琴房回荡起一阵天籁之音。当牧尘按下最后一个音符，他缓缓起身，来到几位大师面前。林老，您如何看之？他一脸平静，直视这位当今乐坛有着庞大名气、常青树之流的大人物。林老满脸叹服，他的内心一阵战栗，良久，脸色流露苦涩而又复杂之意。 缓缓扭头看向了自己的弟子，不远处，赵子阳面色苍白，瘫软在地。牧尘那强大的实力彻底碾压了他的内心，让他浑身冰冷，精神沉沦。子阳，当真做了如此卑劣之事？林老的声音异常的苦涩。不，老师，我没有，您帮我证明，那曲子真的是我写的，是我写的。赵子阳听到老师的询问，这才回过神来，他惊慌的爬过来，抱住老师的大腿，哀嚎颤声道：“老师，我真的没有剽窃他的灵感，真的是我写的。” 孽障！林老一声愤怒的低吼，老脸通红，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都这个时候了，这个孽障还不承认？这一次，林老终于忍不住，一脚踹开赵子阳，声音愤怒的咆哮道：“你真当我耳聋，听不出这些曲子的高低之分吗？还是以为我老眼昏花了，就可以随意糊弄？要知道，他可是作曲界的大能，一首曲子，光看琴谱、旋律，就能感悟出其中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意境。关牧辰的曲子，还有赵子阳的弟子，谁优谁劣？” 一目了然，牧尘的曲子神和意都有了，而赵子阳却是差了许多。更主要的是，现在有牧尘其他曲子的对比，他能够听出来，弟子赵子阳的作品完全是依附牧尘的曲子而创作诞生的。若只是两首对比，还能模糊解释过去，但当牧尘那三十一首曲子压下来，赵子阳已彻底输了。此时此刻，在场诸位大师宋海燕、李云、赵院长等人也是感慨万分。林老这一次算是被他的弟子给坑了，这个赵子阳可当真无耻。 剽窃他人的作品，却反而诬陷原主，真当我们这些人是摆设，不懂分辨水准高低吗？赵院长气得想要骂人。有赵子阳这样的学生，学校的脸面都给丢光了。牧尘能够将夜这一主题创作出三十一首曲子，足以证明其实力。而赵子阳呢？他就像一个笑话，不过是踩着巨人的肩膀，侥幸登高了一步。但当巨人醒来，轻轻一指弹出，他这个踩着巨人肩膀上的小人，也唯有跌落摔死这一下场。没人会可怜他。怕。 一个清脆的耳光声响起，众人目光看去，林老满脸失望，停顿在半空中的右手微微颤抖，最后所有愤怒、悲凉化作一抹深深的冷漠。赵子阳，从今日起，你不再是我的弟子，你我师徒关系断绝。还有，你不配做一个音乐人，更不配在这神圣的琴房待着。林老的话彻底击垮了赵子阳，不，不要！他吓得痛哭哀嚎，瞳孔一缩，再也顾不得任何，跪倒在地上，不断磕头：“老师，我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 我不该剽窃牧尘的作品啊！老师，求求您，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啊！他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整个人失魂落魄，头都不敢抬，全身剧烈颤抖着，发出哀嚎的乞求。蓦然，全场响起一阵学子们愤怒的咆哮：“滚出去！呸！无耻下流卑鄙！咱们学院居然有这样的学生，真是丢人！滚吧！”在诸多学子的嘲笑和愤怒声中，赵子阳那苍白无力的眼眸扫了眼全场，特别是老师决绝的目光，让他一阵凄凉无比。 这一刻，内心后悔到了极致。牧尘，他咬咬牙，觉得没有脸面再待下去了，于是只能连滚带爬的逃出此地。哎，这个视频。这时，叶承松窜了过来，抢过保安手上的平板，仔细看了几眼，突然看向几位学校领导：“各位领导，这个视频是造假的。虽然那个造假视频的家伙水平不错，但给我点时间，我能证明这视频内容是被剪辑过的。”牧尘顿时笑了：“老四还真是有一手。对了，这小子可是个黑客啊，也是醉了。你说你早点出手不就得了？” 害得我只能强行装吧一波。牧晨揉了揉太阳穴，苦笑起来。他仿佛都能预见以后的学校生活，看来是没法平静了。而叶成松的话，也让所有人都呼出了一口气，自行脑补了一个画面。看来是牧晨在琴房弹琴，赵子阳听到后剽窃了。<laughs> 要不是牧晨另有后手，岂不是要被坐实这罪名，一生都完了？想到这，宋海燕、李云、赵院长等人都露出羞愧的表情。他们差点帮着赵子阳做了同谋，陷害了一个真正的天才啊！另一旁。 从赵子阳面若土灰的离去后，方平的心脏就是一阵扑通扑通直跳，三魂七魄吓得都快丢了一半了。这视频光靠赵子阳一个人做不了假，肯定还有人在帮他。叶承松说着，目光看向了之前叫嚣不停的方平。方平心里一阵哆嗦，强迫自己镇定道：“赵子阳这家伙太无耻了，我也被他给骗了。”众人怀疑的目光看去，几位领导，你们放心，作为学生会副主席，为了给同学们一个交代，我肯定会帮忙找出赵子阳的同伙，查出到底是谁在陷害沐尘同学。” 他着急的拍着胸脯保证一声，跟着也灰溜溜的离开了现场。混蛋！张文凑过来，看着方平的背影，咬牙切齿：“老三，我告诉你，这是方平那狗东西，肯定脱不了干系。无妨，他也就上跳下窜，捣点乱罢了。敢来惹我，我会让他后悔的。”牧晨淡淡看了对方一眼，随后微笑道：“此时他的气质是如此的从容静定，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令人折服。”牧晨同学，对不起。”林老更是满腔的愧疚。 走到牧尘跟前，就要躬身弯腰下去，以一个前辈、业界大能的身份向一个年轻人道歉。哇！四周学子，包括几位大佬，都惊呆了，跟着就是一阵感慨。林老，别，您也是受害者。牧尘连忙扶住老人家，微微一笑：“事情已经过去，就别再提了。哎，都是我有眼无珠，被那家伙给蒙骗了。”林老苦笑道：“林老，微博上的事跟牧尘一点关系都没有，肯定是赵子阳在网上带节奏，故意挑拨您和牧尘的关系。” 叶飘英在一边插嘴道，愤愤不平：“牧尘就这么放过赵子阳，还真是便宜他了。哎，从今往后，我和他的师徒情谊就此了断。”林老再次哀叹，任谁都看得出他眼里的感伤和自责。当然，牧尘也没心情再和众人交谈下去。事情既已水落石出，那各位告辞了。林老，有机会，希望可以跟您学习学习。丢下这句话，牧尘干脆利落的扭头看向叶飘英，拉着他的小手，缓缓走出琴房。牧尘，你太棒了。 叶飘音嫣然一笑，深情地注视着他，依偎在他的肩膀，做小鸟依人状，看得一群学子们都惊呆了。男神呐、啊，可惜泡不到了。一群女生们露出幽怨且后悔的表情。幽怨的是，男神有叶飘音这个女神陪着，他们哪有机会？后悔的是，之前不该质疑男神，现在一想，心痛极了。更多的人心情则是五味杂陈。一开始，赵子阳栽赃陷害牧尘，大伙都以为这就是事实，但谁能料到事情一波三折，来了个大逆转？ 而牧晨的表现更是惊艳了全场。你们有谁录下了刚才那三十一首曲子？突然有人跺脚发问，一脸的急迫和炙热。啊，这么一说，我也好想再听一遍男神弹奏的那优美的曲子，是叫《夜》的钢琴曲，对吧？真的太好听了！一时间，牧晨之名传遍众人之口。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宋海燕百感交集，眼眸闪过一抹火热。要不是顾忌金陵大学的领导在，她刚才都想开口亲自邀请牧晨转读中央音乐学院了。以他的天赋。 假以时日，便是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大师。妖孽，妖孽如他啊！林老同样感叹，老脸莫名的火辣通红。贝小薇此时也是美眸睁圆，回想起牧晨那淡然自若的神色。半小时前，他还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现在他已经征服了在场所有人的心。那种深邃的自信，还有来自于才华带来的底气力量，让贝小薇发自肺腑的惊叹、沉迷。牧晨，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呢？他脸红的呢喃不停。今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与此同时，金陵城某顶级疗养山庄，一栋奢华的病房内挤满了人。叶家家主叶天满脸阴霾的看着一群医生，那紧握的拳头似乎诠释着其内心的紧张和不安。在他身边，一个五十出头的贵妇同样满脸着急，正是叶天的夫人萧玄。她身体颤抖不停，此刻紧紧攥着丈夫的胳膊，心疼的看着床上一脸呆滞的儿子。良久，病床边一个白发老者放下病人的胳膊，悠悠一叹：“叶先生，令公子的病情再次加重了。”赫然。 说话之人正是金陵城有着国医称号的李福生，旁人也多称呼他为李老。什么？叶天金芒一闪，李老和旁边几位医生商榷一番后，扭过头看向了叶天和其夫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令公子的身体并没有任何问题，他得了这个病也不是身体器官受到了损伤，所以西医手段对他的病情是无用的。李老看向病床上的男子，如果有人在此，一定会大吃一惊，只因为病床上之人正是叶荣亨，但他此刻表情一脸呆滞，就好像得了失魂症一样。 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现在之所以会这样，更多的是因为心理上受到巨大打击而造成的。这在中医里也可称为心病，亦或者通俗来讲就是有了魔障。李老叹了一声，而令公子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身体无法自主进食，对外界任何刺激都没有一点反应，甚至不认得自己的亲人，包括二位。这是他有意识的封闭了自己，长期以往，病情自然加重，最后气血精神消耗一空，身子也自然就垮了。那可如何是好？你们快想办法呀！萧玄急得快哭了。 心疼地看着儿子，眼神里还带着一丝怨毒。要不是眼前这几位都是金陵城信灵界的大能，他都能当场翻脸，怒骂一群人是庸医了。令公子现在对药物排斥，这可能是心理上的缘故，所以常规西医手法无法有效进行治疗。而中医呢，不外乎汤药、针灸等等手段，但目前来看效果并不好。李老和几个同乡互相对视一眼，这才郑重道：“我们商量过了，目前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药膳，它的作用比较温和，应该可以先让令公子的身体复原。中药呢？” 喝药不行吗？不行。还有很奇怪的一点，大部分中药，包括寻常的药膳，令公子服用后会产生过激反应，也就是呕吐。当然，可以通过打针、点滴注射等手段进行诊治，但贵公子的身体依然会产生过激反应。而这长期靠胃服营养液，对公子的身体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对恢复毫无帮助。李老一口气说道：“说重点。”叶天听不下去了，他在乎的只是救活自己的儿子。简单来说，还是先利用药膳先改善贵公子的身体状况。 再配合其他疗法诊治。李老看着叶家家主，神色镇定。我们几个老家伙擅长的是针灸、中药等，但要说到药膳，这就奇差一招了。以我的了解，金陵城有一个人，他的药膳应该能够起到帮助。李老叹了声，脑海里不自禁想到那个年轻人。谁？叶天定定地看着李老，猛然一声厉斥：“不管是谁，我去请他。”牧尘。李老听眸光异常闪亮地说道：“或许整个金陵城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就令公子了。”牧尘。 叶天神色一凛，开口：“李老，恕我孤陋寡闻，咱们金陵城内何时多了这么一位中医大师？”其他几位大师也朝李老头去询问的目光，其中一人神色一亮，蓦然兴奋道：“李老头，难道是之前那个年轻人？对，是他。”李老苦笑点头：“之前咱们研究了许久都没有头绪的那一锅药膳，就出自这个年轻人之手，难怪了。”众人恍然大悟，纷纷点头：“如果是他，或许还真有希望。”李老，你可有那人的联系方式？ 我让人去请他，不管他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叶天却是不管这些，一心只想救儿子。你们说谁？牧尘。旁边的夫人萧玄却是一愣，一张保养的还算不错的脸蛋露出疑惑，只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几秒后，他失声尖叫：“牧尘！你说的牧尘，不会是一个年轻人在金陵大学读书吧？”这下李老也齐了，回头看了叶夫人一眼，点头道：“好像牧尘还真的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夫人。 叶天狐疑的看向妻子，不明白他为何这么大的反应。萧玄咬咬牙，脸色有点白，凑到叶天耳边低声道：“那个贱种身边的年轻人就叫牧晨。什么？”叶天大叫一声，刹那神情严肃，扭头看了一圈，没见到洪老。想到晚上属下的汇报，他身躯一震，看向妻子，几乎是低吼一般咆哮出来：“你让洪老出手了！”气氛一阵怪异。李老眉头一蹙，恍惚间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难道叶家和牧晨有什么关系？不会有仇吧？ 他猛地看向床上的叶荣亨，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叶荣亨是什么人？他也曾听说过。要不是叶家势大，这种纨绔歹毒之人，他根本不想理会。那贱种今天和那个叫牧尘的去参加金陵大学的中秋晚会，底下人跟了几天，没发现他和苏家的人有什么联系。我实在等不及了。萧玄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儿在床上受苦，那贱种倒好，和他包养的小白脸卿卿我我，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你派了洪老去抓他。”叶天皱眉冷然道：“你应该知道。” 我从来没当有过这个女儿，所以她出事，你应该一点心疼也不会吧？萧玄直勾勾盯着丈夫，神色冷然。那个叫牧尘不阻拦也就罢了，要是敢出头，只能怪他倒霉。糊涂！叶天气的想破口大骂，但在妻子冰冷的目光下，终究没骂出口，冷声道：“你没听几位大师说，那个叫牧尘的小子是能够救活亨儿的唯一希望？”荒谬！萧玄嗤之以鼻。我就不信，偌大华夏找不到一个奇人异士。那小子有何能耐？ 我就不信了，唉，叶天头疼得很，实在不知道该和妻子说什么了。随后连忙换过手下，让他追上洪老，务必将那个叫做牧尘的小子带回来，留他一条狗命，算他赚了。萧玄再次冷笑，当晚儿子在贝氏山庄的事情，他可是打听的一清二楚。虽然不知道豢养多年的獒犬是怎么袭击叶荣亨的，但出事前叶荣亨和牧晨发生矛盾是所有人都看到的事实。也许儿子的意外和那小子真有关联。萧玄气得七窍生烟，眼里满是怨毒。 金陵大学通往锦龙小区的一条马路上，夜色正好。牧晨和叶飘英没有选择乘坐汽车回家，而是像情侣一样互相牵着手，缓缓漫步在这夜空之下。牧晨，你刚才帅极了，你都没发现吗？好多小迷妹盯着你的目光都快把你吞了。叶飘英扑哧一声笑道：“切，他们能斗得过你这头母狼？没到之前，我就先被给你吞了。”盯着叶飘英那炙热的眸光，沐晨笑嘻嘻一声：“呜、哦，你好坏，居然说我是母狼。”叶飘英顿时欠脸一红。 跟着施展夺命连环手，在牧晨身上挠起痒痒，两人闹成了一团。呵呵，你们两个小情侣倒是悠哉，亏得老夫等了你们一个晚上。蓦然，两人在经过一段江滨大道时，伴随着一声厉喝，夜色林荫拐角处缓缓走出来一道身影。谁？牧晨猛地停住笑声，金芒闪烁看去，就见一个青衣老头，双手背负，踩着一双布鞋，缓缓踱步而出。夜色下依稀看到他锐利如刀的眼眸，再加上一股无形气势爆发，宛如黑白双煞，令人心神震怖。 又是你，只是一眼，牧晨便笑了，不动声色的将叶飘英拉到了身后。别说废话了，夫人有令，让我把这个女孩带走。洪天豪一过来就开门见山，双眸阴冷的盯着两人。夫人，牧尘略一沉吟，想到一个人，随后低声道：“飘音终究是他的血脉子嗣，难道他一点都不在乎吗？”你是说老爷？洪天豪脸色古怪，摇摇头。叶家虽然是他当家，但我只听夫人的。原来如此，想到之前从贝小薇处了解到的一些信息。 牧尘心中似乎明白了什么。牧尘，你快走！叶飘音从洪天豪出现的一刻，脸色刷的变得惨白无比，纤细小手不断用力，想要挣脱牧尘的大手，但却被对方更加用力的拉住。他的娇躯颤抖的厉害，但几秒后，叶飘音勇敢的站出来，朝洪天豪怒斥道：“你要带的人是我，放牧尘离开。放心，他伤害不了你一分。”牧尘迈前一步，将他拦在身后，神色淡定自若。狂妄！洪老轻蔑一笑，看着牧尘道：“你以为还能像那天的好运气？” 有苏家人护着你，怎么？你不怕苏家？牧尘似笑非笑的扭头问道：“小子，你别吓我！这几天我已经查清楚，你和苏家半点关系皆无。我看尤七命那天也是闲着蛋疼，否则这几天我怎么不见他来找你？”洪天豪哈哈大笑，不屑一顾：“还收徒？我没看错的话，你的资质也是普通泛泛。那老鬼要收徒，还不如去找个哇哇学语的小屁孩，都比你来的好。那或许他只是敬畏我，不想我出事呢。”牧尘淡淡一笑：“这不可能。” 洪天豪浑身散发血气，一股凶煞气势压得叶飘英难受极了。找死！见飘英受罪，牧尘怒了：“你现在滚，我还可以饶你一把。否则……”他深吸一口气，渐渐握紧了拳头。“哈哈，饶我一把？好大的口气啊！”哪怕洪天豪酝养精气神多年，此刻也忍不住怒火，眼中杀机大盛。“小子，既然是你找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下到九幽黄泉，别忘了告诉阎罗，杀你之人乃是我洪天豪。” 洪天豪一字一句说道，浑身煞气狂飙，猛地冲向身边一棵大树，然后双手抱住树干，猛地用力，气拔山兮力盖世野，就见四周泥土崩裂，那高有三四米的大树猛地被拔了出来，而洪天豪直接抱住树干，就仿佛佛陀智杵，朝着沐尘当头劈下，刺啦，破空声凌厉至极。看到这吓人的一幕，叶飘音张大了嘴巴，娇躯直颤，几秒后露出绝望的目光，就要冲上去抱着沐尘一起死。四周那路过的车流，有人有幸目睹这一幕，吓得魂都飞了。 一刻也不敢停留，飞速加速逃离现场。妈呀，这他妈还是人吗？马路边缓缓驶来一辆蓝色兰博基尼跑车，车内驾驶位上的年轻人目瞪口呆看着那黑暗中恐怖的一幕，吓得双腿一软，差点尿了。哎，等一下那个人，哈哈，是牧晨，是牧晨。几秒后，双手颤抖抓着方向盘的方平脸孔立马浮现一抹狰狞，跟着大笑起来，心中一片兴奋。牧晨，他居然惹到那么一个怪物，哈,哈，真是天助我也！ 那小子死定了！方平兴奋的狞笑起来，连那个可怕的老头，在他眼里都变得可爱起来。牧晨，哈哈！之前你如此得意，风头无两，但是今晚过后，我看你如何再风光下去。得罪了这等高人，怕是只有死路一条。方平家里背景不小，长辈教导下，让他比普通人多知道一些有关所谓奇人异事的秘密。他也知道这等高人行迹罕见，虽然不知道牧晨是怎么得罪对方，但是眼前能确定的是那个。 高人正在对牧尘施展毒手，哈哈！就在方平幸灾乐祸的目光下，洪天豪身形暴涨，瞬间冲击到牧尘跟前，浑身衣袍鼓荡而起，仿佛有一股无形的气流流转。凌厉至极的破空声中，那粗大树干当空劈下，就像是一把绝世神剑，要将那阻拦在前的肉体凡躯一劈为二。牧尘，来世定要与你一起。叶飘英双眸泪流，静待死亡的一刻，却在刹那感觉自己的身躯不自禁往后飘着，退了好几米远，最后安全的落在地面。与此同时。 一声淡弱的笑声也随之而起。我当你有何手段？是何高人？原来不过是半步先天，连内劲都只凝聚了这一点，还真是高估了你。也罢，就让你见识下何为力量绝巅。说话的同时，沐尘右脚在后，左脚先前趟步而进，右脚再次跟进，同时右手一提，掌变为拳，内拧向前打出，拳劲猛地贯穿空气，化作一条金色巨龙，狰狞恐怖，呼啸出击。形意，半步崩拳。砰砰砰！刹那。 一连串的撕裂空气般的呼啸声响起，就见沐尘神色淡若，双拳迅速发力崩出，两拳一出一入，带动两条金龙，拳劲接连不断，势如连珠箭，电光火石间，人动拳道。轰隆！但见夜色中，两道影子碰撞在一起，沐尘双拳如金龙，雷霆霹雳而出，轰得另外一道身影硬生生地飞了出去。怎么会？人在半空，洪天豪脸色大变，他看走眼了，这个小子竟是习武之人，而且他的拳法是形意拳。 有句俗话说得好：“太极十年不出门，行义半年打死人。”当年国术大师郭云深名震海外，半步崩拳打天下，江湖中人见之无不惊骇退避。而此刻，眼前这小子施展的正是形意，看其功力，竟是不比当年的郭老爷子低上半分。不，就算他会武，又岂能挡我锋芒？洪天豪摇摇,摇头，完全不信牧尘如此年纪便有如此功力，只当他绝境爆发，一拳之威暴涨，暂时击退自己。蓦然间，看到牧尘嘴角的一抹轻笑。 更是让他怒火升天，可恶，小子，给我死！洪天豪长啸一声，浑身肌肉猛地散发青芒，整个人身形瞬间暴涨，宛如远古走出来的巨人，擎天踩地，当空一拳，横断山河。还不服？沐晨轻飘飘一笑，眼眸金芒忽的爆闪，身子微微一蹲，右手拳头紧捏，冲天一拳，气势无限拔高。这一拳当真刚猛激烈，气势慑人。洪天豪脸色在变。 惊呼声中，只见牧尘又是一拳轰出，出拳之际，仿佛一门巨炮发出震天的喧哗声，火光凭空显现，一股拳劲冲天而起，恰似那炮火冲天，无坚不摧，事无反顾，携万马千军的气势，锋芒无双。不好！洪天豪浑身毛发倒竖，脸色狂变中，强行收住身形，便欲暂避锋芒，躲闪开来。此时的他心中震步的狂叫：“这个小子，他根本不是普通人，更非普通习武之人，他的功力完全碾压了自己，便是他全力出击，也绝无一丝抗衡的机会。” 先天之境，他是少年宗师。洪天豪心中彻底醒悟，雷霆间，他狂笑出口，毕生功力凝聚，凌空出拳，妄图抵挡那恐怖的攻击，给自己争取一丝逃命的机会。逃得了？正当洪天豪瞬间往后急退了六七米远的时候，牧尘星眸一闪，宛如宇宙黑洞，无尽禁忌中，一拳隔空轰出，整个马路宛如地震一般，绿化带上的树木全部摇曳狂舞，地面都跟着似要崩裂开来。轰隆，一道拳劲从牧尘手中呼啸而出。 内境玉器再次化为一道金龙，以光速般的速度轰中了洪天豪。啊！惨烈而又绝望的尖叫声中，洪天豪被狠狠击飞十来米远，当空坠下，砸在马路边停下来的一辆蓝色跑车引擎盖上。砰！蓝色跑车的引擎盖当场变形，尘土飞扬中，洪天豪现出身形，整个胸腔崩裂出一个血洞，此刻正咕噜咕噜的往外喷着鲜血，还有几根断了个骨头，森白一片，令人胆寒心惊。这跑车内原本一脸狂喜的方平蓦然呆住了，表情。 傻傻看着那残破的血肉躯体在自己面前爆开，那张面部惊愕绝望的的脸庞，眼珠子都被挤爆出来，咕噜一滑，从车头窗户掉了下去，留下一个空洞洞的窟窿。哦，一股尿骚味当场飘了出来。几秒后，方平发出惨烈至极的声音，打开车门，连滚带爬的从车厢里逃了出来。救命啊！牧晨，别杀我，我什么都没看到。哎呀呀！当看到牧晨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走来，方平吓得满脸青白，双腿发软，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心底无比的绝望。 五官更是扭曲成一团，鼻涕和眼泪都分不清了。他后悔极了。没事，他们出来飙车散什么心啊？没事，他们眼红牧尘干嘛？幸灾乐祸？他被一个老头子袭杀？天哪！要知道牧尘如此恐怖，他有多远滚多远啊！哎，居然是你！牧尘也愣了下，看到方平那死人一般的脸色，后面顿时笑了。这家伙，这运气，该不该杀了他？牧尘咧嘴一笑，吓得方平又尖叫一声，身子哆嗦着瘫软在地。真是个怂货！ 牧尘扭头看了一眼洪天豪的躯体，眼中没有一丝恐惧。说起来，这也是他第一次杀人，但很奇怪，事后一点恐惧感都没有。可能是力量的升华带动了心境上的变化吧。他呢喃一声，随后缓缓转身，目露柔光，看着叶飘英捂着小嘴，身子飞快地朝自己扑了上来。牧晨，叶飘英冲进牧晨怀里，紧紧抱住他，生怕失去他一样。当然，美眸里还有一丝深深的震撼。我说过，没人会伤害到你。他微微一笑，将怀中佳人抱得更紧。 叶飘音颤抖的娇躯也在他的安抚下缓缓平息下来。牧尘，你杀人了，怎么办？不远处听到一阵警笛鸣声，叶飘音脸色又是一白，应该是先前路人报的警吧。牧尘皱眉，这倒是麻烦了。目光一移，正好对上方平那胆战心惊的目光。牧尘，不要杀我，我什么都没看到。方平被他看的汗毛都倒竖起来，心中恶寒，下一刻跪在地上，倒头如蒜，凄凉求饶。你过来。牧尘眼珠一转，陡然灵机一动。 警察来了，问出了什么事的话，就说你一个人在这里散心。那个老头子意图对你不轨，你差点失身。正好我和飘音经过，见义勇为，开着你的跑车撞死这老家伙，把你解救出来，明白了吗？什么？听到牧尘这句话，方平懵了。扑哧，叶飘音原本还梨花带雨哭着，可这回听到牧尘这话，一个没忍住，表情顿住，后面实在憋不出了，眼泪收了回去，顿时破涕为笑起来。方平一个大男人，被一个老头非礼，还差点失身，叶飘音彻底凌乱。 跟着白了眼沐晨，无法想象前一刻威风凛凛的沐晨，后一秒会是这么的不正经。方平学长，我还有事先走了，记住，明天记得在学校里给我送锦旗，就写上我救你狗命。哦不，不是保住你的清白，还有后面的事情你来处理。要是你敢胡言乱语点什么，哼哼，小心你的小命。丢下这句话，他隔空一拍，兰博基尼跑车倒退七八米，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而方平再次目睹这神人般的行为后，嘴巴张大，眼眸里一片恐惧。飘音，咱们走。沐晨看都不看方平一眼。 径直拉住叶飘英的手，去哪？叶飘英抬眸，仿佛看懂了牧尘眼中的深意，声音轻颤：“叶家。”找贝小薇要了叶家的地址后，得知其一家人都汇聚在疗养山庄后，牧尘带着叶飘英径直前去。牧尘不会有事吧？一路上，叶飘英搂着牧尘，娇躯微微颤抖，看得出他心里的恐惧。牧晨略一轻叹，而后微笑看着他说：“你是指什么？”叶飘英一愣，轻咬嘴唇道：“刚才杀人的事。”牧晨深吸一口气。 不忍飘音看到自己眼中的杀机，很快闪现过去，沉声道：“我不杀他，你会有危险。而且这是一个震慑，只要叶家知道洪天豪死了，绝对会大吃一惊，后面会猜测究竟是谁出手击杀了洪老。而不管是牧尘还是其他原因，叶家想要再对叶飘音不利，就要掂量掂量了。”“不，我不是怪你。”见牧尘误会，叶飘音连忙摇头道：“我是怕因为我影响到你，你放心。”见他担心的是这个，牧尘挥手一笑。 表示无所谓道：“本来我还担心事情麻烦，不过方平这家伙来的还挺巧，往他头上扣个屎盆子正好。”扑嗤，想到刚才的借口，叶飘音憋着笑意，最后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太坏了，这要是传出去，方平他还怎么在学校里混啊？就是要他混不下去，居然敢和赵子阳合伙给我设下陷阱，要不是我聪明机智，岂不是被他给坑了、啊？”牧尘也跟着嘿嘿一笑，后面见叶飘音笑了，惆怅的心情似乎好了不少，故意逗他说道：“你知道吧？” 方平这个人就是个纨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那种。有个段子说给你听听。嗯，叶飘英露出兴趣之意。我刚入学那会听说过方平这人，据说他喜欢包养女学生。有一次，方平包养的那个女学生开口跟他要钱，说他妈得了前列腺癌，哭的那个梨花带雨的。方平这货就是个愣货，心疼女学生，当场就给了女生十万。后来呢，他把这事当成一个显摆的事情说了出来，可没少把我们学校所有男生给笑惨了啊！叶飘英还有点发愣。 没听懂，后面看着牧尘那狡黠的笑容，他眨了眨大眼睛，一下回过神了。吃，他直接一声长枪，咯咯的乐了，差点没把自己给笑疯了。好像女人没有那个钱、啊。叶飘音咯咯直笑，心情一下好上不小。对啊，所以说这家伙就是个愣货。牧尘玩味一笑，你说他傻吧？他也够精明，还知道栽赃陷害我。不过今晚这事还真多亏他，让我不至于太显眼，惹来一身骚。你意思是让方平来背这个锅？叶飘音眼前一亮。 方平家里有钱有势，我刚才稍一吓唬他，他哪里敢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不管是官方还是别的，他都只能帮我把事情糊弄过去，这就等于让他去收拾烂摊子，咱们就省心了。至于现在吗？不知不觉，两人来到了目的地，他眼里金芒瞬闪而过，握紧了叶飘音的纤细小手，而后露出傲然的神色。被人欺负到头上了，咱们现在当然是来踢场子了。疗养山庄奢华房间内，气氛一阵压抑。什么？你说联系不上洪老？萧玄听到底下人的汇报，先是一呆，然后厉声道。 是是，底下人吓得脖子一缩，浑身打颤，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叶天心里一跳，不安感急剧加增，表情一片凝重。夫人不好了！正说着，一个手下像是得到什么消息，紧张兮兮的冲了进来，一脸的惨白，惊恐的颤声：“洪洪老出事了！出什么事？”萧玄不悦的回头一瞪：“洪老死了！”属下颤抖不停。什么？几声尖叫，全场一阵惊悸。 手下打开电视机，就见电视正在播出一则最新新闻。画面里，一个看起来二十二三左右的年轻人正一脸的愤怒，在女记者的采访下，咬牙说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我没想到现在一些老人竟会行如此龌龊之事。”跟着，那年轻人一脸悲愤，双手抱在胸口，哭哭啼啼道：“他就是看我帅，想对我不轨。要不是我同学刚好路过，见义勇为，我只怕……”被采访的同学正是方平。只见他此刻一脸青红悲愤，身躯颤抖，最后在记者的追问下。 说着说着，哭得更凶了。请问你这个见义勇为，嗨嗨，把你从变态老头手上救下来的同学，名字是叫……女记者眼前一亮，这可是个爆点啊！当即兴奋问道：“沐沐尘！”憋了好久，方平几乎是用咆哮一般的声音喊道：“看来我们的方平同学是太激动了。也对，要不是这位名叫沐尘的同学及时赶到，英勇救下了一位花季少女，哦不，是帅气男儿，只怕方平同学早已惨遭不测。”女记者也激动不已，视线转向镜头，各位。 让我们强烈谴责！采访结束，看到方平一脸凄凄然的哭丧样，女记者叹息安稳道：“同学，你别委屈了，事情已经过去，行凶者也受到惩罚了。”随后，女记者看了眼不远处那撞成一块块的尸体，心里差点吐了。“我是委屈吗？我是吓的呀！”方平心里一阵咬牙切齿和恐惧，想到牧尘临走前威胁的目光和那恐怖的手段，他吓得双腿一软，直接就瘫在了地上，丑态尽显，心里更是绝望一片。实时,时新闻啊！ 几十万的观众都看到了呀，更别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只怕这新闻一出，立马就是头条的命啊！从明天起，他的名声彻底毁了，而他方平更变成了一个笑话。沐沐晨心里恨得咬牙切齿，方平露出仇恨的目光。可更快的是，想到那恐怖一幕，他嘴唇一个哆嗦，又黯然的把头低了下去。哎，可怜了一个好好的年轻人，经此一事，心里得遭受了多大的打击啊！女记者可怜的看了方平一眼，摇摇头，转身离去。 而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次新闻的观众们更是感慨不已，当然里面不包括一群已经看傻了的金陵大学的学生们。方平学长差点被一个变态老头给强了，而牧尘救了他。一时间，众人目瞪口呆，彻底没法淡定了。而在病房里，这不可能！捂着胸口，直勾勾盯着新闻画面里的事故现场，萧玄满脸的不可置信：怎么会不可能呢？这时，突然从病房门口传来一个嗤笑声：“说不定洪天豪就好这口呢。”哎，你别说，那凶犬也好这口。 不会是在洪老的影响下，才对令公子做出那般行径吧？谁？叶天脸上肌肉不由一跳，浑身如昙花般绷起，扭头死死盯着门口，浑身散发一股摄人的冷意。我，牧尘。只见一个人施施然走进了病房，身后还拉着一个清秀身影。贱种！牧尘人刚踏进病房，里面就传来萧玄一声冰冷的嘲笑。叶飘音脸色一白，呼吸就急促起来，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着，压抑着满腔的愤怒。什么时候小三上位也能这么理直气壮了？ 牧尘瞄了萧玄一眼，脸色一紧，一股摄人锋芒传递而出，这让叶天脸色微变，认真的打量了眼牧尘，“你就是牧尘？”他迈前一步，双眼微眯着问道。“是我。”牧尘大大咧咧一声回答，扫了眼病房，第一眼就看到病床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叶荣恒。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牧尘冷笑一声，后面余光一扫，瞄到了一个熟人，李老。牧尘一愣，“沐，小子。”李老叹了一声。 尴尬的站出来打了声招呼，牧晨跟着一笑，醒悟过来。秦怡之前说您被人请去出诊了，原来是来了这。李老再次尴尬一笑，也没多说什么。他相信牧晨能理解他。不过从眼下情况来看，似乎牧晨和叶家有仇。若是如此，他得好好劝劝下两边了。牧晨和李老光顾着说话，一点都不把在场其他人放在眼里的姿态，当场惹怒了萧玄和叶天。特别是前面那句话，更是让夫妻二人脸面无光，心生不悦。你十年没回家，带了一个外人来见我。 是要挑战我的心理底线吗？叶天不再看向牧尘，而是把目光瞄向另外一道颤抖的身影。叶飘音低头轻咬嘴唇，哼，贱种！萧玄看到如此漂亮的叶飘音，仿佛想到了什么，特别是躺在床上生不如死的儿子，让他内心一阵极度怒火燃烧。下一秒，朝底下人尖叫一声：“你们还傻愣着干嘛？把他给我抓起来！都是这个贱种给我儿子带来了厄运，要不是他，亨儿怎会如此？我告诉你，有我在，你就是个贱种，就跟你那个死去的母亲一样，都是贱骨头。” 萧玄说着，冲上前，像个泼妇一样，用他那尖锐的指甲就要往叶飘音漂亮的脸蛋上挠。叶天看着这一幕，不闻不问，这让叶飘音发出一声悲鸣，心中彻底绝望。一道有力沉稳的身影挡在了他前面，牧尘冷冷扫了眼四周，用宛如死神一般的语气开口：“谁敢动他？”目光瞄向萧玄，他冷然一声：“洪天豪是你派出去的？”提到洪老，四周气氛一紧，萧玄也停下动作。呵呵，牧尘继续冷笑说道。 你派了洪老来抓我和飘音，可现在呢？洪天豪死了，难道你就不疑惑是谁杀了他？是谁？叶天猛地一喝，双眸爆射立马看向了牧晨。他做梦也不会将牧晨和杀害洪老的凶手联系在一起。毕竟此刻的牧晨就像个普通人一样，毫无习武之人的风范。更主要的是，在他的调查里，牧晨这十八年的人生就只是个普通人而已。至于说新闻报道里牧晨开车撞死了洪老，怎么可能？他又不是瞎子，洪老整个胸腔都冒出一个血洞窟窿来，撞车会撞成这样？ 叶天一眼就瞧出，那是高手全力施为下造成的伤口，而洪老连一点反击之力都没有，这让叶天心底一阵戒备。是谁杀了洪老？难道真是苏家？想到底下人汇报来的消息，叶天眼中充满了猜疑，还有震惊。呵呵，牧晨一眼就注意到了叶天的眼神，虽然他板着脸，一副冷厉的模样，但眼底深处那一抹隐现而过的顾忌，却让牧晨捕捉到了。他顿时心中大定。是谁？牧晨玩味一笑，反问一声。 你觉得洪天豪会是我杀的吗？不可能！叶天眉头一皱，萧玄更是气炸了，一副冷然之意盯着牧尘，哼，那不就得了？这世上能轰杀了洪天豪的人能有几个？牧尘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更让叶天心底惊惧。这小子到底有何底气？而牧尘更是一副不将叶天、萧玄放在眼里的姿态。叶家就是要他们猜疑、猜疑牧尘、猜疑他背后到底是谁。虽然叶天是飘音名义上的血亲，但他这么多年来，飘音不管不问。 特别是在飘音生病后，更没有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这让牧晨心底对叶天是极其鄙视，甚至可以说是厌恶。既如此，那还何须对他客气？当即，牧晨斩钉截铁，开门见山道：“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他的气势极为强硬。从今天起，飘音和叶家再无一丝关系。当然，谁敢对他不利，言语上欺凌羞辱他，或者做出任何伤害他的事，我一定不会放过。牧晨看了眼躺在床上的叶荣亨，嘴角一抹弧度勾起：“不信的话，可以试试。” 我敢保证，他会比叶荣亨更惨，躺在这张病床上一辈子都下不来。你，叶天怒火中烧，威胁，这就是赤果果的威胁。他叶天商场纵横，横扫东南几个省市的地下世界，在公海和海外力量对峙的时候，都没见过比沐尘还要狂妄的家伙。谁给他的勇气？真以为有苏家给他撑腰，我叶某人就怕了他？叶天咬牙冷笑，朝几个手下打了个眼神，抓住他，还有那个贱种，我要他们生不如死。萧玄更是尖锐一声发出愤怒咆哮。 呵呵，蓦 <laughs> 然，牧尘眼中一抹嘲笑凭空浮现。啊！下一秒，站在叶天旁边的萧玄发出一声惨叫，面色涨成猪肝色，浑身宛如窒息般，眼眸瞪成死鱼眼，露出惊恐的表情。夫人，叶天浑身一震，刚想冲上前，猛的一顿，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萧玄的身子缓缓浮空而起，就好像有一只无形大手隔空擒拿住他，往上一提，萧玄的双脚踩着空气，不断挣扎，但就是无法挣脱而出。这。 四周之人看得牙眦欲裂，头皮发麻，有那胆小之人扑通一声直接瘫软在地。宗宗师叶天比普通人多知道一些秘心，一见如此情况，便吓得脸色一白，惊魂不定的看着四周。呵呵，牧尘再次一笑，似乎很轻松的说道：“我说了，我背后有人。谁？到底是谁？”叶天心正震怖，恐惧的目光扫视四周，心正惊骇欲绝。难道是苏家的那位亲自出手了？这个牧尘到底和苏家是什么关系？ 几秒后，萧玄身子砰一声摔倒在地，痛苦不堪的颤抖。只见他汗如雨下，整个身子吓得都软了，跟着低下头，将仇恨、愤怒的目光深深藏起。一旁的叶飘英都看呆了，跟着双眼迷离。别人不知道，他还不知道眼前这一幕是什么情况吗？一时间，叶飘英看着那个少年的身影，一下子又高大了许多，看得他心底澎湃，激动无比。牧尘径直走到李老身边，微微一笑：“李老，此地乃是非之地，你还是尽早离开才是。”李老一阵尴尬。 最后苦笑几声，简单将情况说了一遍。哦，听到李老提到自己的药膳居然是救治叶荣亨的唯一手段，牧尘也不由张大了嘴巴，跟着嗤笑一声：“要我救他？”呵呵，他扭头看向叶天和萧玄，又扫了眼飘音，他一脸温柔的盯着自己，这让牧尘心中一动：“行啊，要我就这家伙没问题啊。”叶天是吧？叶家家主，他直勾勾叶天，飘音名义上的父亲，你休了你身边这个女人。至于这个恶毒的女人，发重誓，此生不再踏入华夏。 另外，向飘音和他已去的母亲三跪九叩，请求他们的宽恕。如果能做到这几点，要我出手救治这小子也不是可以。你做梦！叶天脸色大变，几秒后，近乎咆哮的吐出三个字来。萧玄此刻脸色通红，羞辱之意浮现全身。但他刚从鬼门关逃了一劫回来，虽然牧尘在那侃侃而谈，看似普通人，但萧玄此刻是真的怕了。他怕刚才那人还在，于是只能用怨毒的目光死死盯着牧尘，一句话都不说。不愿意是吧？ 牧尘在懒得搭理此地一行人，一手拉住飘音，温柔一笑：“飘音，从今日起，你跟这些人再无纠葛。”嗯，看着牧晨那贴心的目光，再看看此刻萧玄那一脸羞愤的姿态，叶飘音从未有过的愉悦和轻松。他重重点头，流下了幸福的眼泪。今日起，我随母姓，我叫林飘音。飘音最后看了一眼叶天，眼中决绝,绝之意更深。你我脱离父女关系，从今日起恩断义绝。”随后，在牧晨的牵手下，林飘音挺胸抬头。 走出了这间压抑的病房。沐晨，病房里一直过了很久，才发出一个怨毒女人愤怒的低吼声。萧玄抬眸，死死盯着丈夫，森冷的喃喃：“他该死，他该死。等我复归来，我要活剐了他。还有那个贱种，我要把他卖到非洲，让他一辈子活在痛苦地狱之中。”叶天神色麻木，竟站在原地，不知在想着什么。飘音家中，一回到家，飘音便拍着饱满的胸脯，浑身彻底放松似的，埋在沙发中。但即使这样， 他的心情还是极为澎湃激动，显然没有从晚上的事情中回过神来。今晚的牧晨实在太神奇，太让人着迷了。怎么了？牧晨一回家就去厨房热药茶，跟着将一杯呈现浅红色、散发药香的药茶递到飘音跟前，见他发呆似的，随口一问：“小妮子，已经很自觉的接过药茶，轻轻抿了一口，跟着分几次把药茶喝了个精光。”牧晨，你真的太厉害了，太棒了！听着小妮子的欢呼，牧晨笑了笑，也不知道他是在夸奖自觉的哪一方面。对了。 你身手怎么那么厉害啊，像个超人一样？抬了抬空灵的眼眸，飘音眼里露出了好奇。想到晚上的表现，牧尘知道不给出一些合理解释，怕是满足不了这小妮子的好奇心。当即笑了笑说：“知道武林高手吧？其实吧，我就是这样一个武林高手。”天哪！这下，飘音是真的惊奇了。难怪牧尘这么厉害。他美眸异彩连连，也没多想，反正只要是牧尘说的，他都愿意去相信。放心吧，相信经过今晚的事后，叶家不会再对你不利了。牧尘自信一笑。 走到飘音身边坐下，实际上他也能猜出叶家的几分心理，自己晚上一番震慑手段，足以让叶家顾忌。当然，对方会否忍气吞声，沐晨也不担心。他需要的不过是一段时间，足够让飘音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配合自己的药膳，缓解癌症的症状，治疗身体，这才是至关重要的。随后，两人看了会电视，中途有说有笑的，倒是将今晚一波三折的经历给淡化了不少。看了下时间，天色不晚了，沐晨连忙催促飘音早点休息。嗯，我去洗澡。 飘音微微一笑，起身走进了卫浴间。没一会，听着卫浴里传来哗哗的水声，牧晨笑了笑，坐在沙发上做沉思状。飘音喝药茶已经喝了两天了，应该多少都会有点效果。但是想要完全治疗好他的癌症，单单靠药膳可不行。要是下一次订单，雇主要求的能力是大师级的医术，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那就好了。想到系统商城里那恐怖般兑换金额的大师级医术，牧晨彻底绝了企图用氪金来获得技能的心理。还有，今天是飘音下单的第五天了，明天一早。 系统估计又要给我派发其他订单任务了。而在沐晨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同时，卫浴间里，林飘英沐浴在花洒下，神色呆呆的。从今天起，我叫林飘英几秒后，她露出了轻松至极的笑容，像是一个心魔彻底解去，浑身都放松了。没人知道他的心里有多痛苦。从母亲去世后，他选择离家出走，离开金陵城，一走就是十年，在他乡，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活着。要不是自己得了那个病，他这一生都没想过要回金陵。不过也幸好。 自己回来了，否则怎能碰到牧晨？想到牧晨，飘音的心又开始砰砰砰剧烈跳动起来，像是有一种莫名的情愫正在让他浑身发热。咬咬牙，飘音的心突然就像揪住了一般，难受起来。是啊，过了今晚，牧晨就要走了，他再没有借口留在我身边了。想到订单时间即将结束，飘音就觉得委屈和难受，真的是太过分了。牧晨他们公司怎么可以有这种规矩呢？凭什么不能续单？为什么不能让时间再延长一点呢？当然。 聪明的他也不会主动去说服牧晨放弃去干，那也行，因为他相信牧晨那样做肯定有他的理由。但是我真的好不舍。洗完澡，飘音一边念念不舍着，一边去拿浴巾，没想到脚下一滑，跟着身体彻底失去平衡，踉踉跄跄的扶着墙壁摔在了地上。啊！一声惊吓声响起，正在客厅休息的牧晨瞬间一动，身影迅速冲到了卫浴间门前。飘音，你没事吧？牧晨急了，连忙高声询问。好一会，里面传来一声吃痛的呢喃。 牧尘，我摔倒了，你呀、啊、也太不小心了。牧尘松了口气，随后关心的询问：“怎么样，还起得来不？”他本来想径直推门而入的，但后面想到男女有别，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下。我，飘音则尝试着扭动了下身子，也松了口气。幸好他摔在地面的时候，一只手扶着墙壁，减去了不少力度，只是小小别了下脚而已。跟着自己便准备爬起来。还有什么时候比现在这个机会更好？刹那，脑海里一个小人的声音跳了出来，让飘音的身子迟疑了几秒。 傻姑娘，明天你和牧晨就要分开了。单子时间结束，牧晨肯定会有其他女生去雇佣他。他这么帅气，这么温柔体贴，千般万般都说不尽他的好。要是有哪个小妖精胆大一点，把他给吃了呢？林飘音啊，林飘音，那你岂不是要后悔死了？几秒后，飘音便有了决定，原本想要挣扎而起的身子不动了，想要去拿浴巾的右手也缩了回来。想了下，飘音脸颊浮现一抹晕红，跟着用细如蚊蝇般的声音呢喃：“牧牧晨，我动不了了，你进来吧。”一听到这话。 沐晨担心的，立马推开了卫浴间。第一眼，他顿时呆在了原地。只见飘音光溜溜的坐在地上，刚刚的热水沐浴让她的脸蛋白里透红，肤若凝脂，纤纤长腿，盈盈一握的细腰，常年跳舞瑜伽塑造出迷人而又诱,诱人的线条，彻底暴露在空气中。再加上淡淡的沐浴露香味，更是强烈的刺激着沐晨的大脑神经。傻愣着干嘛？把我抱到房间啊！满腔的羞涩和一抹莫名的紧张，让飘音发出细腻浅浅的声音。好，沐晨醒悟过来，心里连念几遍佛经。 跟着走过去，拿了一件浴巾披在她光滑细腻的肌肤上，最后蹲下来将飘音的身子抱了起来。别说之前就觉得这妮子的身材火辣，现在没有一丝衣物的阻挡下，任由牧尘两只大手和白皙光滑的肌肤触碰在一起，牧尘瞬间身子一震，感觉舒服极了。你呀，下次要小心点了。卧室里，牧尘看着飘音躲在被窝里，露出羞死人的表情，也不由呵呵一笑。紧跟着就是一阵口干舌燥，不行了，再待下去可真要命了。好了，时间也不晚了。 你早点休息了，我洗洗也去睡了。牧尘说完这句话，刚准备离开，突然间从被窝里伸出一只纤细小手，坚定而有力的拉住他。牧尘，你别走！床上飘音露出一个小脑袋，双眼满是不舍，直勾勾盯着他，呢喃道：“明天咱们两个的雇佣关系就结束了，我舍不得你。”嗯。牧尘眨了眨眼睛，今晚陪我好吗？咬咬牙，飘音干脆鼓足了勇气，说出这么一番话。啊！牧尘听了后傻了。 跟着反应过来，露出一抹坏坏的笑容，故意调戏他道：“你这是在请求我晚上跟你睡？”你飘音脸更红了，嘟噜道：“坏牧尘，坏牧尘就知道欺负我。那我真的在这里睡了。”这一刻，牧尘也激动了，说着就要爬上床。坏人去洗澡了。飘音一只脚把他踢了下去，没料到却又走光了，被窝缝隙里透出一抹雪白的美景，牧尘都看呆了。嘿嘿，几秒后，他咕噜一笑，转身走了出去。 再次回到飘音卧室时，牧晨穿了一件白色睡衣，战战兢兢的往床上摸去。你可别再把我踹下床了，是你叫我留下的了。一边嘀咕着，牧晨终于爬上了床，躺在了另一半身边。叶飘音全身蜷缩在被窝里，一句话都不说，但牧晨能感觉到他的身子在微微颤抖，非常的紧张。晚安。微微一笑，牧晨关掉了房灯。不知过去多久，牧晨翻了个身子，迎面扑鼻而来的清香，那是飘音身上的悠悠体香。牧晨，睡了吗？黑暗中。 床铺另一边，飘音发出了颤抖的声音问道：“没有。”这个时候，牧尘的心跳也莫名的加速起来。这是什么意思？飘音晚上把我留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轰！下一刻，飘音转过身子，黑暗中他的眼眸明亮的吓人，牧尘都能看见他嘴角荡漾而起的一抹调皮笑容。紧跟着，一道温暖的躯体扑进了牧尘的怀抱。“你个坏人，把人家聊的不要不要的，结果呢？明天拍拍屁股就要走了，真是坏死了。”飘音悠悠细语道。 听着怀里的家人幽怨的声音，牧尘唯有苦笑，正准备张口说点什么，一只小手探过来掩住他的嘴，跟着一声呢喃：“别说话，抱紧我。”他深吸了口气，将飘音抱得更紧，这感觉真爽，不过好难受啊！迅速的，牧尘下半身支起了帐篷，特别是因为抱着飘音的缘故，更是让他身体不断扭动起来。他难受，飘音更难受，感觉浑身像炭球一样发烫燃烧着，飘音简直要窒息了一样，浑身酥酥软软,软的。 几秒后，像是碰到了什么，他发出一声惊呼：“啊，沐尘，你下面……”跟着发出咯咯的笑声，露出得意的神色。“你个小妖精，故意的是吧？”沐尘唯有苦笑了。要不是他意志力还算不错，这回真能不管不顾，先一亲芳泽才是了。嘻嘻。不知又过了多久，黑暗中再次发出飘音一声羞涩而又紧张的呢喃：“沐尘。”“嗯。嗯”沐尘有点困意了，昏昏沉沉的回了一句：“你是不是很难受啊？” 飘音像惊弓之鸟一样，轻轻碰了下他，跟着手又缩了回去。你说呢？牧尘无语苦笑。那要不要我帮你啊？牧尘浑身的困意瞬间消散一空，他蹬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不可置信的看着飘音：“你想到哪去了？”飘音也坐了起来，羞涩的白了他一眼：“谁叫我心疼你？”那个，嗨嗨，先提前说明，我可是第一次给男生。那个，你得教我。牧尘瞬间惊喜无比，点头坏笑起来。你，几秒后。 牧尘发出一声愉悦至极的声音，对，快一点，温柔一点，乖。这一刻，飘音彻底化身妩媚的女人，像个妻子一样，用尽所有讨好着身边的男人。只是兴许是牧尘这小子体质改造过的原因，没一会，飘音浑身瘫软在床上，晃了晃酸酸麻麻的手臂，白了牧尘一眼：“你呀，你们男生都这么厉害吗？”牧尘马上跳起来，嘿嘿得意道：“怎么可能？当然是因为我厉害啊！”可是怎么办？牧尘，我手好酸啊，要不让我休息一会？ 飘音娇羞的嘟噜道，牧尘看着他红彤彤、性感的让人血脉喷张的小嘴唇，突然鬼使神差的来了一句：“要不用嘴？”你好坏！飘音的倩脸立即一红，白了他一眼。两人不再说话，只一吸，听见那剧烈急促的心跳声。缓缓的，飘音把头埋了下去。牧尘脑袋一轰，黑暗中声色而又娇羞的动作，彻底点燃了牧尘的灵魂。虽然没有突破实质性的关系，但这一晚，两具火热的躯体彻底失眠了。 青涩的飘音在牧尘这个坏老师的教导下，尝试了各种亲密的体验。隔天醒来，他脸颊还是红彤彤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浮现全身。扭头看了眼枕边，牧尘同样醒来了，正睁着大眼睛看着他。噗嗤，两人同时笑了。起床后，牧尘照例热了一杯药茶端给飘音，看着他一饮而尽，这才温柔道：“几点的飞机？”之前飘音抵达金陵城的时候，还预定了回宁海的机票。本来牧尘也不想让他回去的，不过考虑到宁海不属于叶家的势力范围。 在那或许会更安全些，无奈也只能放他离去。十点了，飘音嘟噜了声，心里不舍得很，最后嘟着嘴，闷闷不乐道：“沐尘，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乖，回去后先去做个检查，还有我给你煲的药茶，我用保温瓶装起来，你每天早中晚记得喝一杯，喝完了电话告诉我，我这边做好后邮寄过去。还有我给你制定的药膳配方，你回去后找个会做药膳的保姆，严格按照我单子上列明的菜谱去做饭。至于想我吗？只要不是在我的工作时间范围内，咱们可以视频啊。” 牧尘温柔笑道：“牧尘，飘音看着牧晨关心的帮自己准备了一堆东西，这一刻彻底感动，扑上来从身后搂住他，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真的好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傻丫头。”牧晨转过身，认真的叮嘱他：“现在当务之急是你的病，放心吧，再给我点时间，我会治好你的。”言语间透露着不容置疑的自信。嗯，林飘音更感动了，眼睛红彤彤的，说不出话来。吃完早饭，飘音打包好行李，牧晨将他送到了机场。 进入安检时，飘音带着一个太阳镜，强忍着满腔的不舍，朝牧晨挥挥手，嘴型一动动的，好似说了些什么。你说啥？牧晨朝他大喊问道。哈哈，飘音一听，忍不住大笑起来，一抹狡黠和快乐浮现心头。欢声笑语中，他踏上了飞往宁海的飞机。地面上，牧晨抬头看着一架飞机缓缓消失在视线里，嘴角一抹笑容勾起，牧晨呢喃道：“这小妮子还真是大胆，真以为哥看不懂唇语啊？”脑海里。 飘音嘴唇一动一动的，仿佛在说：“牧尘，下次见面要了我。”这疯狂的女人。牧尘浑身一荡，回味着昨晚一夜的旖旎，他笑了笑，转身返回景龙小区。飘音走后，将钥匙留了下来，一方面是让牧尘帮着照看下他母亲留下的老房子，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牧尘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有个落脚休息的地方。不过牧尘没打算在飘音的家里住下去，他现在手头上还有一些钱，买套房子是不成问题了。叮咚。 也就是这时，脑海里响起一声来自系统萝莉音的提示：“恭喜宿主牧尘获得来自委托人的超时星好评，触发三倍暴击效果，获得一千五百点积分。恭喜牧尘获得一次选择权，可获得一次来自委托人提出能力及才艺技能的机会。”听到这两个声音，牧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过还有超时星好评，难怪触发了三倍暴击奖励效果。飘音这个点评还真是神操作，下次见到他，好好奖励下他才是。心中沉吟一番，牧尘随后对系统说道。 系统选择能力的话，比如飘音提出来的第二项能力，让我拥有了大师级声乐能力、大师级乐器技巧、大师级作曲能力，还有强大的神之听觉。这几个技能是归为一项，还是单独分开？还有类似博学这个能力，如果我选择这一项的话，是不是代表我就无所不知了？但只限制于懂这个范围，如果要更深入的了解，则需要其他条件。萝莉英解释道：“由于此前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委托人，因此将能力技能统一化，因此本次选择能力技能，宿主只能单独选择一项。” 由于宿主触发 bug 反馈，本系统将会在下一次接单进行更改，同时进行 bug 反馈奖励将在当前宿主选择能力过程中予以发放。哎呀，自己不过是个提了个小问题，居然被系统认定是 bug 反馈，这也太爽了吧！牧尘兴奋的挥了下拳头，同时对自己待会要选择的能力技能，他心里也有了决断。系统，我选择大师级乐器技巧。牧尘在心里说道。之所以选择这个技能，一来是牧尘本身就挺喜欢音乐的，二来嘛。 他现在已经注册了《梦中的婚礼》和《夜的钢琴曲》这两首钢琴曲的版权，或许他在业余之际可以往钢琴这块发展，顺便赚点小钱之类的。正在进行大师级乐器技巧转化为永久技能。叮咚，恭喜宿主触发当前 bug 反馈奖励，可将大师级乐器技巧升级为神级乐器技巧，包括但不限定于钢琴、小提琴、笛子、吉他、琵琶、管风琴等乐器，但只能选择一种乐器。宿主可选择是否升级。 听到这，牧晨一阵惊奇。他也不傻，从系统的简单介绍就明白了这是什么状况。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自己不选择升级的话，那么可以拥有大师级乐器技巧，什么乐器都精通；而如果选择升级的话，那可以得到神级技能，但只限定于一种乐器。神级啊，一听就很牛掰，还用得着犹豫吗？牧晨微微一笑，大师级技能等于全精通，而神级单一技能则是在单独一项领域中达到神级水平，在整个世界估计都是 N O 一的水准。 嘿嘿一笑，牧尘马上回道：“选择神级钢琴技能。”伴随着他的回答，牧尘很快收到来自系统的能力改造变化，脑海里各种有关钢琴的乐器知识和技能一一闪过，跟着就是全球历史以来各种钢琴大师的人物画面闪过，好像这些人物练琴的生平和对钢琴的领悟都尽数灌入牧尘的脑海里。远一点的，诸如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近一点的，包括李云迪、朗朗、马克西姆等当代杰出钢琴家。厉害了我的哥！几分钟后，沐晨走到镜子前。 看到自己的气质有了很大的转变，随着任务结束，他原本暖男的性格气质也消失一空。除了脸蛋依然帅气之外，凭空的却多了一种韵味，那是钢琴大师特有的才华气质，浑身仿佛跳动着音符，远远的看就能猜出他是个音乐家一样。不错，这项新的技能我很满意。牧尘微微一笑，随后意识一动，点开抽奖功能，一百点积分抽奖一次，他也只打算来一次，就当是小抽怡情吧。叮咚，恭喜宿主获得自主接单权道具卡。视线里。 一张紫色道具卡跳跃而出，牧晨瞳孔一亮，立马惊喜起来。自主接单权道具卡，使用本卡，宿主可获得自主接单权利，可设定租期长短，一周以内，租期金额零一百万，面向广大女性用户，美于丑，老于少等。顿时，牧晨激动了，这张卡有点意思啊！正准备好好询问一番，公寓门外突然响起一声按铃声，谁来了？牧晨只好强忍着兴奋，好奇的走过去开门。开门后。 看到站在跟前的贝小薇，牧晨愣了下，随后露出微笑，招呼他道：“学姐，你怎么来了？我姐呢？她怎么没接我电话？”贝小薇嚼着口香糖，径直走了进来，四下打量了几眼，露出疑惑的表情。一看他这表情，牧晨就知道飘音没跟他说回去的事，只好简单跟贝小薇解释了下。好呀，贝小薇一听，委屈极了，瞄了眼牧晨，嘀咕道：“我姐她现在完全就被你给迷住了，以前不管有什么事，她都会提前跟我说的，兴许是走的急了点，忘了。” 牧尘连忙安抚道：“行了，我过来也没多别的事。我姐既然让你照看下房子，那我也省得麻烦了。”被小薇扭过头，跟着认真道：“我打听了，我表叔他们今早包机去了晋城，去给叶荣亨那个纨绔看病去了。后面应该是没空再找表姐的麻烦了。表姐这病，我联系了国外一个专家，过两天就到金陵来对她进行治疗。没想到她却回宁海了。”眉头一锁，被小薇看向牧尘，声音略大的问道：“你怎么没陪我表姐一起走呢？”这，迟疑了下，牧尘也坦白道。 飘音只雇了我五天，今天就结束了。你，贝小薇一听，咬着嘴唇，嘟噜道：“你也太不友善了，我姐都这样了，难得她那么喜欢你，你多陪陪她几天不行啊？”牧晨唯有苦笑了。哼！贝小薇娇喝一声，挥挥手：“这样，过两天我带医生去看我姐，你跟着一起去宁海，恐怕不行。”牧晨摇头皱眉。如果没有单子，他倒是无所谓，但就怕系统这几天会给出任务，那么他显然无法抽身。而且他相信飘音肯定会好好的。 我没空，沐晨解释了声。为什么？贝小薇随口就说道：“不是给钱就可以雇佣你吗？”后面迟疑了下，醒悟到这话有点伤人，于是改口道：“你放心，之前给你多少钱，我这边照给，给双倍都行。”他也是为了表姐好，而且潜意识觉得双倍的酬劳可以弥补一切。沐晨当即摇头，淡淡一声道：“不行，有规矩的。你”你这下子，贝小薇快被沐晨气死了。她睁大美眸，直勾勾盯了沐晨许久。 突然迈前一步，一股小香风扑面而来。牧晨，那我呢？要是我想雇佣你这个极品男神呢、啊？贝小薇轻声一笑，美眸直勾勾盯着牧晨，带着一丝打量，一丝俏皮，一丝紧张，还有一丝期待。说真的，自从发现了牧晨的变化后，贝小薇这一段时间，只要一有空就会想到牧晨。特别是昨晚牧晨的表现，先是梦幻般开场，一首《梦中的婚礼》惊艳全场，跟着又一夜的钢琴曲》强势打脸赵子阳，简直太有才华，太有男人味了。 以前还没觉得牧尘身上有什么发光点，但这一刻被小薇却是动心了。嗯，学姐说要雇佣我，恐怕这个还真不行。牧尘心里苦笑，摇了摇头。据他所知，系统每次派发任务都是随机抽取，被小薇想要雇佣自己还真没可能，除非……只是见他摇头，被小薇的脸色一下滑的白了，像是想到了什么，被小薇眼里一阵委屈的很，跟着又迈前一步，有点抓狂的尖声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行？” 牧尘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只好尴尬的看着他，这却加深了贝小薇心里复杂的心绪。几秒后，他咬咬牙，激动的询问：“是不是因为我以前拒绝过你？”牧尘一下懵了，可恶！这下贝小薇心里难受极了。想到第一次碰到牧尘时，他拒绝自己的邀请和另外一个女生约会，再跟着就是表姐这档子事，潜意识让他觉得牧尘这是在报复自己。坏蛋！以后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委屈和难受的情绪如火山爆发一般炸开，贝小薇将手提包举起。 朝牧晨的胸口狠狠拍了几下，跟着娇怒的一跺脚，扭着翘臀转身离去。这，牧晨都惊呆了，脑子里一片浆糊，都没反应过来这是啥情况。后面回过神，他醒悟到贝小薇是误会自己了，当即一皱眉，却也没有追出去。迟疑了下，牧晨把房门轻轻合上，心里一片安静，并没有因为贝小薇的误会而升起一丝荡漾，因为他很清楚，贝小薇之所以有今天的反应，是因为他这一段时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有了系统后。 他变帅不说，气质形象俱增，才华和能力更是大幅度提升。总而言之，是因为他现在足够优秀，所以才吸引了贝小薇的注意。如果他还是去年的他，贝小薇还会有刚才那样的反应吗？答案是否定的。就好像自己去年跟贝小薇表白，只是因为他够优秀，倾慕于他的颜值，欣赏他的才艺，无关喜欢，更无关于爱。而像贝小薇这种出生优越的女孩，很难接受他人的拒绝，所以才有他先前如此激烈的反应。哎，希望学姐别想歪了，我真没有伤害她的意思。 叹了一声，牧晨满脸的无奈。有时候他真无法理解女生的心里是怎样的。嘿嘿，也可能是系统把暖男性格给回收了吧，让牧晨不懂得怎么做。否则刚才他早追出去了。但不管怎样，牧晨现在心底知道，他对贝小薇的确没有了去年那种扑通扑通的心跳感觉了，因为他现在已经足够优秀。接下去一天时间，牧晨抽空回了趟学校，上了几节课，中途一直留意着系统的声音，但期待的那一幕却迟迟没有到来。过完周末，到了周一，这一天早上，牧晨正在上英语课。 突然，系统发出一声甜甜的提醒：“新的订单到来，宿主是否进行查阅？”耶 <Yeah>！牧尘正趴在桌上打着瞌睡，猛地听到这个声音，差点在课堂上跳了起来。打开订单，牧尘强忍着兴奋，在心底喊道，一边期待着这一次又会接到什么样的单子，碰到什么样的美女。什么？下一秒，他是真的从跳了起来，在课堂发出一声气急败坏的大吼，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牧尘瞬间脸红，到了声线后，一脸面如土灰的讪讪笑着。 脖子一缩，浑身没了力气的倒在桌上。天哪！他心底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视线里出现一张来自委托人的照片，那个摄人心魄呀，系统，你还不如杀了我得了！沐尘有气无力的哀嚎，差点手脚冰凉，口吐白沫起来。照片上，一个体型吨位庞大的女人，露着满脸褶子一般的表情，一口大黄牙笑得惊天动地，粗大的手指上挂着几个钻石和戒指。 脖子上是一件翡翠项链，绿的晃人，再加上全身名贵的衣服和包包，却也无法遮掩住那暴发户一般的气质和堪比山丘似的身段。来自委托人周梅的订单，租期时间一晚，陪玩、陪吃饭、陪聊天。另外，需求男神协助其霸占广场舞一姐的名头。咕噜，牧尘惊恐的吞了下口水，他没想到这噩梦第一天这么快就到来了。系统能拒单吗？牧尘颤声问道。可以，萝莉音笑嘻嘻的提示，但拒单后。 本系统将会回收宿主当前获得的技能和能力等，随机回收一样哦。这，牧晨这下哑巴了，憋了好久，牧晨苦涩而又抓狂的在心底呢喃一声：“也罢，接单吧。”一副咬牙赴死的表情。叮咚，依照委托人的要求，开启改变宿主的天赋和技能。叮咚，提升宿主的广场舞水平，设定为独领风骚级别。叮咚，正在提升宿主的酒量，达成千杯不醉。叮咚，由于宿主提前达成来自委托人要求帅气鲜肉的形象。 系统特赋予其他性格和人格气质变化，加在贝克汉姆、梁朝伟、汤姆克鲁斯、莱昂纳多等全球排名百强巨星的人格魅力。周梅是一个富婆，她年纪也不大，四十出头。原本她的前半生还挺苦的，没想到人到中年走了大运。家里一栋坐落在棚户区的三层楼房子被拆迁，开放商总共赔了一千多万的现金，加上八套房子，赶上政策好，八套房子套现一半，买了股票，又翻了个几番。周梅彻底发了。因为丈夫早丧，孩子又在国外，周梅为了排遣寂寞。 跟着金陵城一帮姐妹们学会了潇洒，天天不是夜场搂着小鲜肉，就是开着玛莎到处瞎逛。后面在小姐妹的忽悠下，她又爱上了跳广场舞。她跳广场舞的水平还算不错，只是最近有点倒霉，连着几晚被玩伴赵红妮抢了广场舞领舞的资格。这可没把她给气坏了。再加上对方讽刺她人老珠黄、肥婆一个，把周梅给气得走到一边，咬牙嘟噜骂个不停。赵红妮家里也是有矿的，平常他们两人在这片广场早就斗来斗去的。但舞蹈老师出身的赵红妮可比她有人气多了。 深受这一片广场大妈们的爱戴，要不是周梅每次都给来跳舞的大妈们发点植物油啊、大米之类的福利，谁认当他领舞啊？丢人啊！这是。叮<定>。也就是这时，手机来了一条短信。周梅拿起来一看，一口大黄牙不由咧开，露出有点瘆人的笑容来。哟，还极品男神、小鲜肉啊！这是。点开内容看了看，周梅来了兴趣。更主要的是，刚刚她被赵红妮一顿嘲笑，心里这火没处发泄呢。老娘啥都没有，就是有钱，看都不看租金一眼。 周梅随手一点，写下几个要求，不外乎是帅气鲜肉啊，广场舞跳的厉害啊，会喝酒啊之类的。这些条件吗，都很一般。相比起上一单飘音的要求，系统给出的租赁金额才五万一晚。点击支付后，周梅把手机往坤包里一扭，往自己的玛莎走去，思量着今晚去哪个夜场潇洒，或者找熟悉的经理介绍各处开开荤。很快，第二天晚上到来，学校寝室里，牧尘收拾了一番，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义无反顾的前往委托人发来的见面地点。靠！ 要不是为了尽快成为初级男神，这一单我才不接呢。想到待会即将面临的考验，沐晨是又悲又苦。陪着一个富婆不说，而且富婆要求的能力也很一般。喝酒，千杯不醉，还有什么独领风骚级别的广场舞？天啊，他一个帅小伙，有病才去玩这个。至于其他的，他已经够帅了。就算换个莱昂纳多那沧桑的眼神，亦或者贝克汉姆的笑容，也不过是让他的颜值和气质锦上添花而已。说白了，就算他完成任务，这一单所能获得的奖励也很普通。 但没办法，此时此刻，牧晨只能逼着自己踏上这一条不归路。很快到了地方，牧晨给委托人打了个电话，双方约在东湖公园的入口广场处见面。喂，周姐吗？我是你雇佣的极品男神啊，我叫牧晨。随后，一个体型巨胖的女人朝牧晨走来。因为是晚上，再加上牧晨戴着个口罩，周梅一走过来就不断打量着牧晨。说实话，这回周梅有点后悔了。五万块一晚啊，比金陵城最顶级的亚子都贵了好几倍了。 周梅寻思着见面后就打发走对方，那钱能退多少就是多少了。要是不退，他周梅在这场子也算是个人物，自然有办法让小子吐出钱来。可当牧晨摘下口罩后，周梅彻底懵了，准确来说是被电晕了。天哪，这也太帅了吧！周梅刹那浑身战栗，原本一脸随意的表情刹那紧绷，不敢置信的看着牧晨，好帅，有点像梁朝伟，不对，像贝克汉姆。啊啊，侧着看，他就是基努里维斯啊！ 周梅在夜场也算见过不少所谓的帅哥了，但老实讲，眼前的牧尘是让他最满意的。下一刻，周梅深吸几口气，笑眯眯的走上前，一双肥腻的手臂就朝牧尘胸膛口摸了上去。“周姐，你好，我是小木。”牧尘强行一笑，下一秒，当那双油腻大手搭上来，他浑身一震，差点夺路狂奔。“小木啊，哪人啊？小木啊，多大了？小木啊，姐一眼就相中你了，你呀、啊，太可爱了。”几秒后，牧尘被周梅两眼发亮的带到了广场中央。 周梅那群玩伴一见牧尘出现，全都惊呆了。特别是当周梅要求牧尘露两手，这小子扭着风骚的腰臀跳了起来，全场大妈们彻底不淡定了，尖叫声连连响起。别说大妈了，路过的一堆小年轻也惊呆了。起初看到广场舞大妈里混进一个小年轻，众人不禁嗤笑起来。等后面看清楚牧尘的长相，一堆漂亮清秀的小女孩走不动了。在后面，牧尘扭着秧歌似的广场舞舞动起来，那是怎么打量，怎么好看。天哪，这个大帅哥跳着广场舞怎么会这么好看？ 啊啊！我感觉身子都不受控制了，天啊，好想跟在帅哥身后，跟他一起跳啊！没一块，整个东湖花园轰动了，而周梅更是兴奋的很，逢人就喊：“小木是我带过来的，他还得叫我一声姐呢。”颜值即是正义，大妈跳广场舞那是扰民，可如果换成一群美女试试，你看哪个会有意见？而沐晨呢，就更牛了，像是一个核弹头，让四周路人都看呆了。靠！你们都别拍啊！看到路人们拿着手机拍摄，对着自己就是一阵猛如虎的操作。 牧尘心里哀嚎不已，只能不断扭动身子，转换角度，心里面郁闷急躁，恨不得这操蛋的一晚马上过去。心里更是咬牙祈祷着，可别让熟人给看到了。最后，凭借牧晨那风骚的舞姿，陪着周梅一起疯狂嗨起，彻底征服了四周一群大妈的心。最后毫无意外的，帮他重新夺回了广场舞领舞的资格。跳完舞后，周梅盯着牧晨的目光就跟狼似的，喉咙一阵耸动，最后拉着牧晨急声道：“小莫，走，喝酒去。”他想着。 今晚把牧晨给灌醉了，说不定还能枯树开花，酒汉逢甘霖一把。没想到牧晨那酒量可是千杯不醉，最后周梅倒在了夜总会包厢的沙发上，一旁牧晨两眼清明的看着他，一脸的认真。周姐，咱继续走一个小小沐，你说多少钱吧？十万、二十万、五十万，我我养你，你跟着姐姐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周梅迷离着眼神，扭动着庞大的身躯，整个沙发嘎吱嘎吱作响。专业淡定，牧晨。 你可是极品男神，不管什么样的客户，你都要保持专业水准。心里这样咬牙咆哮着，牧尘脸上露出郑重的表情，朝周梅说道：“周姐，今日与你一见，咱俩实在有缘，所以咱走心不走肾，好吗？”“好，小沐，听你的。”听着耳边磁性般的声音，再看看牧尘朝自己露出的笑容，周姐彻底醉了，倒在了沙发上。叮咚，凌晨时间一到，牧尘逃也似的离开周梅身边。当然，他还算良心的，顶着一群路人震惊的眼神。 给周梅开了个房间，咬牙扛着那两百斤的身子往床上一丢，立马拍拍屁股走人。当晚回家后，牧晨直接就是做了个噩梦。第二天醒来，系统传来萝莉音提示：“恭喜宿主获得十星好评。”自此，牧晨总算松了口气。选择能力千倍不醉吧。至于这一单提供的能力，也没什么好选的。牧晨苦笑的选了个看起来算是鸡肋，却又不算太垃圾的技能。之后几天时间，牧晨陆续接了两笔单子，委托人不算美女，但也马马虎虎。不过幸好。 相比起周梅这一单，总算没有再给他带来什么惊吓，算是有惊无险的度过。当然，两笔实心好评的单子也让牧晨的总接单数提升到了五单。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五次订单任务，总好评率实心，当前称号提升为初级男神。叮咚，你有新的订单，加油哦，宿主大人！下一刻，系统发出甜甜的萝莉笑声，牧晨吓得一哆嗦。下一秒，打开系统订单，瞳孔蓦然一缩，这次委托人居然是看着系统发来的委托人照片。 沐晨脑海里空白一片，不是因为照片里的脸蛋太丑或者太吓人了，而是被那双星辰般的眼眸给深深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四岁左右的小萝莉，扎着马尾辫，双眸似星辰，一眼天真无邪，细腻白润的肌肤像一片轻柔的云，两天真无邪的大眼睛一闪,闪闪的，仿佛会说话，弯弯的月牙眉，稚气的眼神，秀挺的穷鼻，粉腮微微泛红，带着一对豆豆似的小酒窝，活泼极了。再加上略微俏皮的气质，如花儿般的瓜子脸，晶莹如玉，打小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 这这怎么会有个小萝莉下单了？没等牧尘回过劲来，脑海里就传来系统甜甜的萝莉音，来自委托人的订单。我想有个爸爸，宿主是否浏览接单？这小女娃都能下单了？还有爸爸是什么鬼？我才二十不到啊！牧尘一愣，确定自己没有看错，随口一问：“当然。”萝莉音肯定的说道：“男神，并不仅仅泛指颜值帅气的男生，对于某些群体而言，比如对于女儿无所不能、体贴照顾的爸爸，同样的是男神。原来如此。” 接单吧，牧晨笑了笑，看着照片里那个萌化了的小萝莉，根本无法拒绝，下意识的就点头同意了。接单成功，当前任务为：我想有个好爸爸。委托人安安，以下为任务内容：别人都有爸爸，我也想有个爸爸，陪我一起参加幼儿园的亲子运动会，陪我画画、剪纸、讲故事给我听。鉴于委托人提出的要求过多，系统自动简化。宿主是否进行改造？嗨嗨，改造吧！牧晨深吸了一口气，脑海一片江湖，决定继续下去。萝莉音提示：你的气质和心理改造中。 依照委托人的要求，正在为宿主融入沧桑沉稳气质，心理蜕变为三十、四十岁成熟思想，加载如何成为一个好爸爸、好爸爸九百九十九点要素，论一个父亲的自我修养等相关书籍。依照要求，赋予宿主神奇爸爸光环。宿主接单期间，无论女儿提出任何条件要求，佩戴本光环后都能实现。任务结束，宿主如选择此项奖励转化为永久能力，可提取任务期间来自女儿的任意心愿能力为永久技能。 随着萝莉音提示，牧晨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颤了下，各种有关如何当好一个好父亲的知识在脑子里蔓延开来。不一会他微微一笑，走到镜子前，顿时愣在了原地。原本他年纪才十九，帅气干净的脸蛋透露着年轻活力，而此刻就好像一夜间，他脸上长出了胡茬，并不浓密，却又透露着一种成熟男人才特有的男性魅力。一双乌黑大眼睛像是有故事般，很自信，很专注，很沉稳，甚至跟大部分中年男性不同。每时每刻的他。 眼睛透露着灵动却又沧桑的目光，眼睛像一片深海，海底下仿佛藏着五光十色的宝藏。有意思，想不到自己居然要当爸爸了。摸了摸自己的胡茬，牧晨微微翘起嘴角，忽然有些紧张和期待。对了，系统的租赁费用不是挺贵的吧？那个小萝莉哪里来的钱？好奇之下，牧晨随口一问：“系统，这次订单委托人一天的租赁费用是多少？”因为委托人提出的能力范围较为广泛，通过大数据分析，本次接单费用为一天二十万 RMB。 系统刚说完，牧尘瞪大了眼睛，差点没咬到自己的舌头。宿主接单完毕，本次订单生效时间三天后，见面地点小脚丫儿童游乐园正门口。现在的小孩子，啊，牧晨在一边感慨不断。一天二十万都拿得出来，看来又是个家里有矿的主。随后系统不再说话，牧晨也没多问。忽然想起刚才系统提示自己已经升级到了初级男神这个段位，当即点开称号一看，哟，这个称号牛巴呀！刹那，牧尘脸色狂喜。 初级男神，佩戴此称号后可获得人格魅力属性加持功能，生效时间为二十四小时，冷却时间七十二小时。人格魅力属性加持功能，可选择全球任意名声享誉的男神级偶像，包含天王巨星、杰出人物、商界大佬等。这这也太牛了！牧尘激动的喃喃起来。要是他没理解错的话，等于是他佩戴称号后，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加持各种男神大佬的人格魅力等，比如说好莱坞巨星杰森·斯坦森，铁汉柔情；再比如贝克汉姆。 巅峰球技和勾死人不偿命的微笑，汤姆·希德勒斯顿《雷神》里的洛基，那痞痞的气质，哈哈，厉害了我的系统！牧尘按捺不住的兴奋问道：“系统，那如果我升级为中级男神、高级男神呢？”好一会中级男神可加持包括但不限定于二次元界的男神级代表人物，高级男神可加持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神话传说等男神级代表人物。这次牧尘说不出话了，因为他已经被深深的震撼到了。 之后两天时间，牧晨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他算了下，手头上除了先前卖药膳留下的五十万，加上刘老师拿出给梦中的婚礼这首曲子的八十万版权费，他能利用的现金是一百三十万。至于之前老大那得来的四十万，牧晨则全部拿来买成名贵药材，用来烹制药茶。而一百三十万，牧晨留了三十万，花了一百万，在金陵城三环位置买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房子。房子是现成的二手房，在 L C 区一个旧校区，离学校比较近。 另外一点就是，房子在顶楼，附赠了一个顶楼阳台，对于牧晨来说算是挺便利的，可以改造成一个健身区或者练舞场。飘英回到宁海后，给他打了几通电话，语气缠绵，极述相思之情，这导致两人在某天的深夜电话里，还无师自通的来了一场 phone sex。而苏南那边，牧晨也给他回了一条短信，不过没人回复，再打电话过去显示盲音，牧晨也就不了了之。很快，第三天时间到了，按照系统给出的订单时间，下午四点，牧晨准时来到小脚丫儿童游乐园。 不知道那小女娃子性格怎么样，好相处不？带着满脑的遐想连篇，牧尘在游乐园门口找了个位置站着，盯着四周惊艳的目光，四下打量着行人，寻找着那个小萝莉的身影。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天黑了，夜色降临，天空中下起了绵绵小雨，一股冷风刮来。看着游乐园都快关门了，牧尘站在冷风中凌乱了会，终于醒悟过来，他被放鸽子了，我这是被放鸽子了。淋着小雨，牧尘表情哭笑不得，掏出手机给订单上的委托人电话打了过去。 先是一阵忙音，好半天都没有人接。耐着性子，牧晨连续拨打了好几通电话，终于再嘟的一声后，电话接通了。你好，我是牧晨，来自极品男神雇佣公司。话没说完，就听那头传来一声好听的嗓音，然后飞快转变为一声厉斥：“我不是傻瓜，不管你是谁，从哪里搞到的这个电话。第一，我不需要买房，因为我就是卖房的；第二，我也不需要任何保健产品；第三，我不需要投资，因为我银行里的存款是你奋斗几百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砰一声，电话挂断，牧晨耳边犹能听到那女人的冷傲之音。傻情况，牧晨彻底傻眼，在心底立刻询问系统道：“宿主，请耐心等候委托人的联系哦。”可不管他怎么询问，系统也只有这句话。这下牧晨没辙了，加上雨越下越大，只好先回了飘音家里。之所以不回学校，是因为他现在的人气实在太高了。自从中秋晚会的惊艳亮相，再加上琴房的一番表现，从音乐学院学子们口中传出，牧晨彻底成了金陵大学的风云人物，特别是。 当白天来自学生会副主席方平敲锣打鼓、一脸激动地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感谢牧尘同学救局，哦，不是救命之恩”这一句话后，牧尘的名气就更大了。与此同时，金陵城市中心五星级酒店凯宾斯基二十八层顶层总统套房内，一个美丽少妇撅嘴挂断电话，继而低头处理起文件来。过了阵，她有点不放心的抬起头，瞬时露出苦笑表情，看着不远处躺在沙发上正闷闷不乐的女儿安安。那个小丫头一脸的不开心，正咬着小虎牙数着手指头。 他放下公事，走了过去，蹲下来，将女儿撅着小嘴的脸蛋掰了过来，正是他道：“女儿乖啦，告诉妈妈，你为什么不开心呢？”想到从下班把女儿接回来，他就一脸郁闷的表情，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不瞄上一眼，甚至连晚饭都只是扒了几口，就跑到一边坐着发呆。安素贞心里便不由担心起来。安安微微抬眸，依然静默着，这让安素贞心底猛地一揪，看着那张天真无邪的童颜，自己的女儿多漂亮啊！月牙一样的柳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就像秋水寒星，秀挺的琼鼻。 粉腮鼓鼓的，如樱桃般的小嘴唇，如同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小公主一般。可现在，她那小眉头紧锁着，嘴巴也微微撅着，一副小大人藏着心事的表情，让安素贞心里就是一阵怜惜。乖了，安安最乖了，告诉妈妈好不好？终于，在安素贞的一再追问下，四岁小姑娘安安总算张口了。一张口，清脆的声音便如铃铛般敲击心灵。因为妈妈坏，妈妈不让我见爸爸。安安鼓着粉腮，眼睛一眨一眨的，里面仿佛又一层水雾正在蒸腾升起。 同时，双手叉腰，一副小大人似的，露出生气的表情。安安，我说过了，爸爸去了天堂，所以安安只有妈妈。心头一痛，安素贞将女儿抱了起来，缓缓摩挲着她细长浓密的头发，声音温柔道：“安安不喜欢和妈妈一起生活吗？可是妈妈喜欢安啊，你看，咱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开心吗？可是别人都有爸爸。”安安撅着小嘴，水汪汪大大眼睛充满着灵性，看向了妈妈。安素贞沉默了下，房间里安静了会。安素贞抢颜一笑。 轻轻拍了拍女儿的后背，笑道：“安安和妈妈在一起会很幸福，爸爸在天堂上也会祝福咱们。你看，爸爸在看着咱们呢。”说着，他抱着女儿走到酒店套房三百六十全景窗户前，指着天空中最亮的一颗星，柔声道：“安安，看，那就是爸爸。”爸爸。安安呢喃了两声，修长的睫毛轻轻颤抖了下，突然说道：“妈妈，我想玩你的手机。”看到女儿总算恢复了正常样，安素真心底总算松了口气，跟着嘻嘻一笑，将手机递了过去。安安。 只能玩一小会哦，嗯，安安重重点头，接过手机，欢快的跑到沙发上坐着。看到妈妈又走到办公桌边上处理起事情，她轻轻咬牙，趁着妈妈没注意，点开手机里一条短信，里面有一个号码。安安偷偷念叨了几声，心底牢牢记下，跟着将短信删除。爸爸，爸爸，他悄悄念了几声，嘴角一抹含笑，跟着将不开心抛到了脑后，开始玩起小游戏来。当晚，牧尘做了个梦，梦到自己成了个奶爸，正苦逼的带着一个疯狂的小丫头。 对方像是堕落人间的小恶魔一样，各种捣蛋，让他感受到了满满的恶意。不，一声低吼，牧晨满头冷汗的从梦中醒来。这次任务不会跟梦里一样碰到个小捣蛋鬼吧？他擦了擦冷汗，咬牙嘀咕了几声，拿起手机又拨打了一次，跟昨晚一样，还是没有人接听电话。算了，等委托人自己联系我吧。牧晨嘀咕道。他甚至想，委托人不正是个小丫头？不会是恶作剧吧？但是系统这么精明的存在，怎么可能让这种事发生？唉，算了。 刷牙、洗脸，吃完早餐，他打开电脑，搜寻城里正规的录音室，准备将梦中的婚礼和夜的钢琴曲这两首曲子以最完美的方式录制下来。浏览了阵，突然他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沐尘啊啊，你终于找我了！你都不知道我刚下飞机，看到你打过来的通讯记录，我有多开心呢！”苏南在电话那头惊喜的尖叫着。半小时后，城中翡翠明珠商场星巴克咖啡厅里。 对面座位上，苏南披着一件红色风衣，扎着干练的长发。此刻，美眸睁的老袁直勾勾盯着牧晨，几秒后发出一声尖叫：“哇，牧晨，你现在变得更帅了，岂止啊！”此时的牧晨正微笑看着他，跟十几天前相比，此时的牧晨多了一种成熟的魅力，特别是那嘴巴和鼻子边上那一缕胡茬，简直充满了男人的高级性感，让荷尔蒙膨胀，让苏南忍不住畅心荡漾，恨不得立刻扑倒牧晨，在那性感的胡茬上面狠狠吻上一口。对了，你出国了。 喝了一口咖啡，牧尘淡定地看着苏南，朝他笑问道：“嗯，我爸在非洲那边的公司出了点状况，我陪着他过去处理了下。现在事情忙完了，这不今天早上刚到的飞机，一见着你给我打过电话，我就立马跑来见你了。”说到这，苏南露出难得的羞涩笑容，但为了第一时间见到牧晨，他也顾不得小女人的矜持了。反正苏家女人就是敢爱敢恨，他这次决定不管牧尘是怎么想的，他一定要拿下牧晨。哎，也就是这时，牧尘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看了一眼商场二楼楼梯口，仿佛有一道黑衣身影。 一闪而过，你得罪人了。下一秒，牧晨蹙眉朝苏南问道。与此同时，桌上手机响起一阵悦耳的铃声。牧晨低头一看，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喂，你是我爸爸吗？接通电话后，一道软糯甜甜的声音在牧晨耳边响了起来。砰！一声枪响，下一刻，牧晨抱着苏南从地上翻滚出去。商场乱成一团，尖叫声四起。牧晨不知何时已经护在了苏南身前。他缓缓抬头，目光看向不远处的楼梯口，露出一抹惊芒。 牧晨，啊！天啊！有人要杀我们！苏南精致如琢的容颜闪过一抹愤怒，但他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随即抱着牧晨大声叫喊起来，同时双眼一眯，直勾勾盯着靠近过来的一个中年男子。傻瓜，他们的目标是你！牧晨嘴角扬起一抹深意的笑容，猛地一拳轰出，直接将一名近身的中年男子轰出去数米远。那是个中年男子，看起来像个普通上班族。在枪声响起的刹那，他提着公文包，一脸慌张的向苏南和牧晨这个方向跑来。只是他做梦都想不到。 他引以为傲的演技，竟会被眼前年轻人识破，更在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将他一拳轰倒，公文包掉在地上，掉出来一把勃朗宁暗杀手枪。啊！这苏南彻底震惊傻眼，他只是有点怀疑这个男的，没想到他真的是杀手。下一秒，苏南反应也很快，像是想到了什么，咬咬牙，拉着牧尘大声喝道：“我们下楼，阿烈在外面的车上等我。”没事了，那些家伙都跑了。牧尘皱眉，随后轻松一笑，道：“先天大成的他。” 对四周之人的行为举动十分敏感，可以说他能感觉到普通人不能感觉到的东西。就好比刚才，他分明察觉到楼梯口那个黑衣人一抹敌意目光锁定了苏南，所以他才以为是苏南得罪了什么人。至于那个中年男子，更明显了。虽然演技十足，但那内心掩藏的杀机在沐尘眼底一览无遗。在他眼里，那个杀手脸上就差没写着“我是杀手”这四个字了。而在暗杀失败后，四周隐隐出现的几道杀机瞬间消失一空，显然已经匆忙逃离。走。 看到保安紧张赶来和警铃声大作，牧晨不动声色地拉着苏南往消防通道走去。很快，两人出现在商场出口。大小姐，商场外面担任司机的阿烈已经急坏了。在听到商场里传出有人开枪的消息后，他瞬间冲出车外，但商场里蜂拥而出的人流挡住他的步伐，让他只能用焦急的目光搜寻着逃离人群。第一眼看到苏南，阿烈松了口气。在看到身边的牧晨时，阿烈激动地迎了上来：“牧牧少，我们没事，走，先上车。” 牧晨朝他点头说道。几分钟后，一行人坐进一辆凯雷德，飞快驶离了现场。车子平稳的行驶在马路上，牧晨这才朝苏南投去一道询问的目光。苏南眼眸一凝，精致的脸蛋略微泛白，最后犹豫了下，说道：“是我父亲公司那边的事。”“嗯。”牧晨微微一动，“之前不是和你说我出了趟国吗？其实是去了非洲，我爸的安保公司在那边碰到了点事，也没大事，就是另外一家雇佣兵公司想要和我们竞争客户而已。之前已经谈妥了。”没想到，苏南咬牙道。 脸色带着怒气，不用多说，牧尘也明白了，肯定是那家雇佣兵公司派出的杀手，让穆少看笑话了。我们也是没想到，那伙人居然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居然敢在国内对大小姐出手。阿烈一边开车一边咬牙骂道，心底还有几分庆幸，要不是这次大小姐见面的人正好是穆少，那岂不是要是大小姐真出了意外，他就算是死也会原谅自己的。大小姐，你放心，师傅已经知道这事了，他很生气，师傅激活了在金陵城的三个休眠战斗小组。 加上其他兄弟们，给我们一天时间，绝对能找出那帮狗杂碎。到时候把他们剁碎了，让大小姐您出气。还是大小姐您想亲自动手，要一条腿还是三条腿？我到时候把那帮家伙送到您跟前，怎么出气怎么来。阿烈冷然说道：“你你气死我了！”苏南舌头一打结，差点被阿烈气死。瞧这话说的，搞得他苏南好像是个女悍匪似的。好啦，你专心开你的车吧。阿烈一番黑话，听得苏南脸红不已。 生怕破坏了自己在牧尘心目中的形象，连忙扭头朝牧晨解释：“他们干的事我从来不碰，我就是帮我爸进行一些商业上的谈判而已。真的，牧晨，你信我。其实我更喜欢在家里搞点文艺爱好，比如骑骑马呀，练练普拉提啊，画画呀之类的。”嗯，我知道。牧晨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让苏南的脸色更羞怒了，连忙扭头狠狠瞪了阿烈一眼。阿烈头皮发麻，却也不敢多说半句话，专心开起车来，心里却是委屈的很。大小姐何必在意呢？穆少又不是外人。 再说了，大小姐，您还有什么好避忌的？前阵子在非洲，您还不是照样揣着 AK 扫了一伙祸害儿童的反政府武装叛军吗？行了，你们处理事情要紧，我就不掺和了。这时，牧尘也想起来刚才的电话，苦笑看了一眼，那边早已挂断，随后朝阿烈说道：“前面把我放下就行。”啊，牧尘，要不你去家里坐坐。苏南却是有点急了，生怕刚才那一伙杀手因为牧尘的突然出手而对他恼羞成怒，对他不利。看出他眼底的担忧，牧尘笑了笑。 我的身手你还不放心吗？行了，就这样，我还有事，你先去忙吧。真要出了什么事情搞不定，再打我电话。慕少，多谢了。阿烈也干脆，急忙停车，郑重的朝牧尘点点头。牧尘，那你有空了找我。苏南更是满腔柔肠，看了牧尘好久，嫣然一笑，朝牧尘比了个爱心的动作。再见。和苏南挥了挥手，目睹着凯雷德离去，牧尘那原本还笑着的表情立马就愁云惨淡起来。随后第一时间拨通了刚才打来的电话。喂，是。 他声音有点急促的询问：“刚才有个小女孩找我，她还在吗？”“哦，你说是有个小女孩跟你接的手机啊，在小脚丫游乐园门口。”“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挂断电话，沐晨急忙拦下一辆的士，风驰电掣的赶往游乐园。下车后，沐晨急忙扭着脑袋四下打量，只是这会游乐园门口一片空荡荡的，哪里还瞧得着半个人影？不会吧？系统，我可不是故意不接单的哦，是委托人先放我鸽子的。 正当牧晨心急如焚的搜寻那道身影时，突然有人拉了他的衣服。牧晨转身低头一看，是一个四岁左右的小萝莉，好漂亮的一个小女孩啊！月牙儿一样的柳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就像秋水寒星，秀挺的琼鼻，粉腮鼓鼓的，如樱桃般的小嘴唇，如同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小公主一般。特别是那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好像会说话一样。叔叔，你好，我叫安安。一阵安静后，小萝莉抬着惊喜的脸颊，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沐晨道。 牧晨瞬间被萌化了，安安、啊，牧晨眨了眨眼睛，笑嘻嘻道：“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嗯。”安安重重点头，“你是怎么认出叔叔的？”牧晨感到一阵好奇，路上人来人往的，小女孩是怎么也认出自己来的？“因为叔叔长得好看。”安安拖着奶声奶气的声音说道，“叔叔，你当我爸爸好不好？你不怕叔叔是坏人？”牧晨急了，虽然他知道自己很帅，但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碰到帅哥总不可能就叫爸爸吧？那叔叔你先说。 你是不是我花钱请来的？安安稍稍歪头想了想，然后咯咯笑问道：“对啊。”牧晨立即点头。妈妈说：“既然花钱了，就要享受到对应的服务。”她让我在心底默念了一百遍，记下来呢。安安眨巴眨巴了一下大眼睛，跟着又笑道：“而且叔叔一看就不像是坏人啊，像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哎呦，我这脆弱的小心灵啊！牧晨瞬间心花怒放，这小丫头夸人也夸得太让人舒服了，萌即是正义，更别说安安的嘴巴还这么会说话。 哪里像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了？不过这小女孩的母亲怎么感觉有点不正经？怎么教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这种思想呢？摸了摸自己帅气的胡茬，牧尘先是轻咳两下，然后蹲下来，直视安安，微笑道：“安安，真的要叔叔当你的爸爸？”“嗯，爸爸。”安安太聪明了，咯咯一笑后，抱着牧尘的大腿，立马就改口了。也许是因为牧尘的脸太好看了，不管是上到八十岁的老奶奶，还是下到三岁小丫头，那杀伤力简直了。安安也不例外，直勾勾盯,盯着牧尘。 心里喜欢极了，这下牧尘是挑不出任何问题了。不过接单之前还有个问题得先解决。安安，你是在哪里看到叔叔？我是说，你是怎么知道雇佣叔叔当爸爸的？爸爸，我是在妈妈的手机上看到的。安安猛点头，解释起来。妈妈手机上有好多短信，那天我看到一个短信，我就随便按了按，没想到爸爸真的来找我了。她一个小女孩，当然不懂什么是男神，只是系统的广告太厉害了，小女孩心目中思恋的是爸爸，所以自然就按照自己的心理需求去下单了。哇，安安那么厉害啊！ 居然认识那么多字啊！牧晨夸奖道：“没说的，肯定是系统到处发短信广告，被安安看到了。”“嗯，安安可聪明了。”安安嘟着嘴巴说道：“我还会背好多好多唐诗呢。”“安安真棒！”牧晨连忙夸奖一声，再次问道：“那安安哪里来的钱？不会是……”说话的同时，牧晨透着一抹紧张：“可别是安安偷拿家里的钱，不然后续可麻烦了。”“安安有零花钱呀。”安安抬眸疑惑的盯着牧晨，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但还是认真回答道：“老爷。” 给了安安好多零花钱，都放在妈妈那里，我拿手机点一下就好了。唉，现在的小孩子可真聪明，还是个家里有矿的主。想想自己四岁的时候在干嘛，估计是活着泥巴玩呢，身上有个一毛钱都能乐翻天。这下牧尘算是彻底明白了，随后嘻嘻一笑道：“安安，既然你喜欢叔叔，那从现在开始，叔叔就假装安安的爸爸，好吗？为什么要假装啊？我喜欢叔叔当我的爸爸。”安安一下抬起小手掌笑了，跟着很淑女的下意识的抿嘴，不让牙齿露出来。 乖丫头，牧尘哈哈一笑，摸了摸安安的小脑瓜，心里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自己这就当爸爸了。然后他才想到一个问题，这小丫头身边没一个大人，这时候也应该在上幼儿园才对，不会是逃课了吧？安安，你是不是从幼儿园里逃课出来的？牧尘故意拉下脸来，露出严肃表情。安安虽然小，但显然知道逃课的意义，特别是牧尘绷着脸，让安安一下把头埋下来，怯生生的点头，轻喃道：“嗯，爸爸。” 对不起，因为我太想见爸爸了，妈妈又不让我来见爸爸，所以我偷偷从幼儿园溜了出来。碰到个这么聪明伶俐的小丫头，牧尘也不忍心去责怪她了，当即苦笑一声：“安安乖，下次别这么任性了，妈妈还有家人会担心的。”安安，记得妈妈的电话吗？牧尘掏出手机，头也是一阵大，该如何跟安安的妈妈解释呢？我、哦，安安眼珠一转，她当然记得妈妈的电话，但是她心里又担心妈妈一会找过来责怪她，于是狡黠的摇摇头：“安安忘了，你呀。” 牧晨摇了摇头，拨打了昨晚那个电话，只是连着几下，电话里一阵忙音，提示无人接听。妈妈很忙的。安安在一边插嘴了声，两只小手提了提肩膀上的小书包。后面他紧张的看着牧晨打电话，见电话没接通，心里都乐开花了。有这么忙吗？牧晨皱眉嘀咕,咕了声。爸爸，我肚子饿了。也就是这时，安安瞪着一双童真的大眼睛看着牧晨道：“安安想吃点什么？”牧晨看了下时间，也快十一点了，于是蹲下来将安安抱起来，笑嘻嘻的询问道：“爸爸。” 我们随便吃点吧，安安说完，冲着沐晨痴痴的笑。好呀，随便吃点，安安你做主哦。沐晨看着她的笑容，心都快融化了。二十分钟后，坐在金陵城五星级大酒店凯宾斯基的西餐厅，看着面前六百八十八一位的自助餐，沐晨唯有苦笑了。这就是小丫头说的随便吃吃，你妹哦，这小丫头也太会享受了吧？情侣约会都没这么夸张。沐晨目瞪口呆，看着满桌各种精致小吃餐点。爸爸，你多吃点。 看着牧晨对着一个法国大蜗牛露出愁眉苦脸的表情，安安很聪明的做起示范，奶声奶气的道：“爸爸，这里头的肉好吃，你多吃点。”说着，小丫头往蜗牛壳里夹了一块肉，还懂事的沾上点酱汁，认真的递到牧晨跟前，眼睛一亮一亮。“谢谢安安。”牧晨接过蜗牛肉吃了一口，露出夸张的表情，大口嚼道：“好吃，太好吃了。”哥哥，安安也笑得开心极了。随后一餐饭，牧晨只剩下感慨了。 看着小丫头娴熟的拿着刀叉，将西餐礼仪发挥的淋漓尽致，他这心事彻底被打击到了。这一刻，他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做女孩富养了。吃完饭后，牧尘朝侍者招招手，正准备买单，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微笑走来，热情大方道：“先生，本次用餐免费。”“嗯，免费。”牧尘愣了一下，问道：“大人，小孩都免费？”“是的。”女侍者有点脸红的看着牧尘，心里为他那帅气的颜值而惊叹着，最后微笑看了眼安安，哈哈。 这一刻，牧晨心里爽极了，哥的颜值总算到了如此境界了。刷脸吃饭，爸爸走啦。安安吃完东西，优雅的拿餐巾抹了抹嘴巴，从座位上跳下来，背上小书包后，朝牧晨挥了挥手。几秒后，牧晨一阵懵逼似的被安安带到一间电梯里，朝顶层而去。哇，那个帅哥就是小公主的爸爸，那个母夜叉的丈夫。看着客人消失离开，先前那个女侍者这才偷偷和同事议论道：“嘘，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 那位可是连咱们酒店老总都得低头陪着笑脸的主啊！而这边，牧晨被安安径直带到了酒店二十八层。看到安安伸出小指头往走廊尽头一个房间大门按了下指纹，啪一声，房门打开了。爸爸，到家了！安安扭头，甜甜的朝牧晨笑了笑。啊，这是你家？牧晨彻底傻眼。对啊，我和妈妈就住在这里。安安走进房间，关上门，很自然的把书包放下来，整个人往床上一滚，一边开心的咯咯叫起来：“我有爸爸了！” 沐晨傻眼似的走进酒店房间，看着奢华的装饰，还有那尽收眼底的无敌高层美景，心里不由一阵怪异浮现。安、啊、的妈妈到底是什么人啊？居然带着女儿把酒店套房当家。与此同时，金陵市某公安局一个美艳的少妇都快急哭了：“我女儿，快把我女儿找出来！”旁边老师和幼儿园园长也是一脸的愁眉苦脸，陪着说了一通好话，最后换来美艳少妇杀人似的目光：“我女儿要是出点意外，我一定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倾家荡产！”女人咬牙一字一顿。 眸光冷冽十足。好啦，你也别太着急了。一旁的刑警调取监控，从幼儿园马路边一直搜寻，这会总算发现点眉目了。小女娃找到了，在小脚丫游乐园门口。哎，她好像在和一个年轻男子在说话。安素珍的心一下提起，露出苍白之色，急匆匆的冲到电脑跟前。这个天杀的人贩子！几秒后，看到视频监控里自己的女儿被那个陌生的年轻男人抱着走了，安素珍的眼泪一下子便大颗大颗的往下掉。想到女儿被人贩子绑走， 此生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安素贞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掉。赵队，嫌疑人带走小女孩后，因为走了一条小巷子，暂且失去了目标监控的画面。如果要排查的话，需要校对全市的天眼监控，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听着耳边民警的话语，安素贞一下急得团团转，语气也不由提高起来，朝其他警察训斥道：“你们是怎么办案的？这都过去多久了？人贩子还没找到，你们的办案效率也太差了！”说着，她哭哭啼,啼啼起来。她一脸泪花，也是担心女儿的安全下落。 却没注意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对，当即惹得一群警察皱眉不已。安女士，请你冷静。我怎么冷静？我女儿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安素贞痛哭起来，悲伤。刑侦队赵队深吸一口气，安抚几句，将安素贞叫到一边填写笔录。询问职业时，赵队突然一愣：“你是华泰集团的董事长，安素贞女士？华泰集团，咱们市里的明星企业，一年纳税十个亿的房地产龙头企业。天啊，我记起来了，是她，华泰集团的女掌门人安素贞。” 巾帼不让须眉，十八年福布斯国内女性企业家排名第十六位。据说她身家百亿啊！这女儿丢了，不会是被人绑票，企图勒索赎金吧？其他民警纷纷脸色大变，这一下事情严重了。安素珍一听，更是心急如焚，身体踉跄了两下，差点一头发黑栽倒在地。两个女警连忙跑来，将她扶住，一边安抚道：“安女士，你先别着急，事情也许没有咱们想的那样严重。”我，安素珍正准备说话时，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个没有显示名字的电话，整个公安局瞬间如临大敌。等下，赵队双眼一眯，让安素贞不要接听，随后让技术人员调出定位软件。十几秒后，当手机再次响起，他严肃地朝安素贞点了点头。安素贞的手都在剧烈颤抖着，拿不稳手机，好不容易调整下情绪，让自己尽量冷静下来。喂，妈妈，我是安安，我没事。电话那头响起安安奶声奶气的声音：“安、啊，你在哪里？你没事吧？”安素贞急忙失声尖叫。 言语间极为紧张，妈妈，对不起，我要跟你说个事情。安安轻轻咬着小虎牙，小心翼翼的说道：“我我花了一点钱，就是过年时老爷给我的零花钱，我我都花了。还有，我现在人不在幼儿园，我……啊！”安素贞一声急促的声音，那可是一百万。算了，安、啊、安，你不要怕，你把电话给身边的人，或者告诉他，一百万只是小钱，只要他把你放了，要多少钱我都给他。安女士，一旁赵队眉头一皱。 没发出声，比了个口型警告了下，显然不希望安素贞向歹徒妥协。安素贞没理他，继续和女儿说道：“安安，告诉妈妈你在哪？”“妈妈，我在家里。”安安有点不明白妈妈话里的意思，疑惑的回答道：“什么？”安素贞一下跳起来，满脸的恐慌：“那个匪徒也太厉害了吧！居然连自己住的地方都知道，还敢大摇大摆的带着女儿到酒店里。”“安，你告诉那个人，咱们房间里的保险柜密码是你的生日，里面有十几根金条，一百万左右的现金，你让他都拿走。” 只要他不伤害你，妈妈花再多,多的钱都愿意。心脏扑通扑通的直跳，安素贞立刻急声道：“妈妈，你在说什么？”电话那头，安安愣了下，紧跟着牧尘就看到自己的手机彻底没电，自动关机了。“喂，安安，你说话呀！”“喂，不要伤害我女儿，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电话里传来断线声，让安素贞脑海一片空白。想到女儿在匪徒手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安素贞再也顾不上其他的了，拿起手机，甩掉高跟鞋就往酒店赶去。快！ 跟上他，赵队心里一跳，连忙让其他民警跟上。而在酒店奢华的总统套房里，爸爸，我跟妈妈承认错误了。安安将没电了的手机递给牧晨，一脸苦哈哈的表情。安安乖，虽然那些钱都是安安的，但毕竟都是大人给的，花在什么地方都应该给妈妈解释清楚。牧晨一阵头大，他也不知道当安安的妈妈听到女儿花了一百万，结果是雇佣了他这么一个人后会有什么反应。但由安安亲自承认，也总好过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好。对了，妈妈还说了什么没有？牧晨随口问道。 嗯，安安重重点头，认真道：“妈妈说房间里个保险柜，密码是安安的生日。她还说里面有好多钱，让我都给爸爸。”你，牧尘无语了，看着安安那认真的表情，牧尘突然皱起眉头，无来由的浑身一阵发冷，好像哪里不对劲。爸爸，你快过来！没等他想得明白，安安开心的从小书包里掏出一个画画本，跟着兴奋的指着上面的图案说道：“爸爸，你看，这是我画的，好看不？”安安真是个天才。 画的真好，牧晨注意力被勾了过去，走过去看了一眼，在沙发上坐下。安安马上拿着画画本，像只温顺的小狗狗一样，努力着往沙发上爬。牧晨见了，扑哧一笑，双手摊开，将安安抱在怀里。安安立刻眯了眯眼，舒服的依靠在牧晨的怀里，害怕他看不明白，安安指着画画本上的三个小人，认真的解释道：“这是爸爸，高高大大的；这是妈妈，漂漂亮亮的；还有我，这是安安，可可爱爱的。”安安可真厉害！牧晨被安安那幼稚的童声给逗乐了，特别是安安依偎在他怀里。 让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温馨感，一种有别于其他快乐的幸福感浮上心头。十五分钟后，咣当！正当牧晨陪着安安在客厅地面上玩耍时，一个美艳的少妇急匆匆的开门跑进了房间。安安，她第一眼就看到被牧晨抱在怀里的安安，瞬间吓得花容失色，发出一声胆战心惊的尖叫。妈妈！安安也开心的大喊了一声。这就是安安的妈妈。牧晨眼前一亮，扭头一看，就见一个穿着巴宝莉白领衬衫的女人站在自己跟前，大约三十出头，脸蛋非常的漂亮。 双腿套着肉色丝袜，给人一种极品少妇的惊艳感。只是她的样子有点狼狈，额头挂着汗水，呼吸急促急促的，雪白的脚丫赤着，好像是一路光脚跑上来的。你是安安的妈妈？我，牧尘刚站起来，突然就被吓了一跳。走廊外面猛地哗然一声，传来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没一会，一群武装齐全的警察冲了进来，防暴盾高举，一把把冲锋枪对准了牧晨。啊！牧晨受到刺激，身子下意识就要反扑过去，跟着定神一瞧，见是一群警察。 瞬间脸色垮了下来，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什么情况啊？这是？牧晨突然有点发虚，低头瞄了眼安安，放下人质。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赵队跟着特警后面，举着一把手枪对准牧晨，深吸一口气后朝牧晨大喊了一声：“爸爸！”看到一群人突然凶狠狠的朝牧晨说话，安安愣了下，跟着小短腿往前一跑，立刻就扑到牧晨身边，一把抱住他的大腿。爸爸！听到小女孩往匪徒喊了这么两个字，房间里刹那安静下来。什么情况？ 这个男的是人质的爸爸，一群特警彻底呆滞。妈妈，爸爸回来了。几秒后，安安怯生生看着一群人，眼神闪过一丝慌张，跟着躲在沐尘的大腿后面，露出一个小脑袋，朝安素贞喊了一声：“爸爸！”这个男人是小女孩的爸爸。一群特警懵逼了，包括赵队在内，全部扭头看向安素贞。我不认识他。安素贞立刻摇头，跟着以为是女儿受到了威胁，脸色惶恐苍白的张开怀抱，朝安安喊道：“安安、啊，你快过来，警察叔叔来了。” 这个坏人再也伤害不了你，你快来妈妈这儿。如果是以往任何时候，安安肯定跑过去了，但今天安安突然灵机一动，于是继续抱着牧晨的大腿，撒娇似的抬头喊道：“爸爸，怎么这么多人呀、啊？”“是呀、啊，怎么这么多人啊？”牧晨也是一脸苦笑，他没想到安安的母亲居然这么大阵仗的找来警察，这是把自己当成人贩子了吧？头疼啊，要怎么解释呢？安、啊、女士，怎么回事？他是你女儿的爸爸？旁边赵队皱眉问了声：“不是呀、啊，我不认识他。” 安素贞飞快摇头，这次认真的看了牧尘一眼，瞬间被牧尘那成熟帅气的脸蛋给震惊到了，还挺帅的。可是，居然敢绑走我的女儿！下一秒，安素贞露出杀气腾腾的表情，咬牙道：“警察，你们快这个男人带走，他就是人贩子，想要对我女儿不利。”赵队当然不会只听他一面之词，见牧尘老实的站在原地不动，孩子又一副亲昵的抱着他，心里一番计较后，换了副和颜悦色的表情看向安安：“小妹妹，你叫安安吗？”“对啊，叔叔。” 你是谁啊？安安有点害怕的往牧晨身上蹭了蹭，跟着点点头。叔叔是警察，你别害怕哦。被这么可爱的小女孩给逗乐了，赵队忍不住一笑，心都快化了。安安，那他是你爸爸吗？赵队指了指牧晨。嗯。安安抬头看了眼牧晨，重重点头，撒娇似的喊了一句：“爸爸。”哎，安安乖。牧晨也很配合的一笑，摸了摸安安的小脑瓜。那他是你的妈妈吗？赵队又指了下安素贞。是呀、啊。 安安眨巴着可爱的眼睛回道：“啊、哎、呀呀！”安素贞看着女儿如此回答，瞬间急疯了似的，尖叫指着沐尘，怒吼道：“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她是真的快要疯了！”急躁的揉了揉太阳穴，完全想不明白，一向聪明伶俐的女儿今天怎么这么犯糊涂呢？行了，我都知道了。赵队站了起来，双眸锐利的看向安素贞：“安女士，所以他是你的丈夫，安安是你们俩的女儿？”“当然不是。”安素贞猛地摇头道：“那安安怎么会叫他爸爸？” 赵队自以为自己抓住了事情重点，随后语重心长的朝安素贞说道：“你呀、啊，就算和丈夫有矛盾，也不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啊！要知道，为了你这事，我们公安局浪费了这么多警力，这就是在浪费你们纳税人的资源啊！”不，不是这样的，安素贞都快急哭了，看向女儿，露出乞求之意：“啊，你快跟叔叔说，爸爸，待会我们和妈妈去逛游乐园，好不好？”哪里想到，一向听话的女儿却是理都不理他，转而咯咯笑着朝牧晨说话道：“原来。” 这个男人真的是小女孩的爸爸，所以这也不是绑架，而是一场家庭矛盾引发的闹剧。一时间，在场十几个警察都快无语死了。特警瞄了赵队一眼，在其确认下，把冲锋枪收起，撤退离开。老婆，我不过是忙了点，没空陪你而已。你有必要把事情闹这么大吗？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发誓，以后多陪着你们娘俩点。牧晨也灵机一动，走上去，装作安抚的叹了声：“哎呀呀！”这次安素贞彻底懵逼了，尖叫着把牧晨推开：“你不要过来！” 他瞪着美眸，怒意十足的盯着牧尘。老婆，牧尘露出苦笑，朝赵队等人歉意道：“各位警察同志，实在抱歉了，我老婆受到了点刺激。”天啊，你个骗子，坏蛋！安素贞抓狂的手足舞蹈的尖叫起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不是，我跟这个男人没有任何关系啊！”老婆，你别这样，都吓着孩子了。牧尘叹了一声，蹲下来将安安抱起，自责道：“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但是也不能无理取闹啊，我无理取闹。” 天哪，老天爷，你杀了我吧！安素贞彻底泪目，心都累了。解释了半天，见没一个警察信他，反而是赵队主动来劝解道：“安女士，您跟您先生的矛盾呢，我们民警是没有权利管辖的。当然，如果您认为您现在受到身体上的威胁或者伤害，可以向我们警方求助。但我想，并没有，是吧？”安素贞愣在原地，已经不知道要如何解释了。好了，收队。见事情已经清楚，赵队苦笑的朝同事挥挥手，宣布收队。最后离开的时候，还有点不悦的朝安素贞道。 安女士，我知道你对这个城市有贡献，也知道你经常和几位领导见面，但今天这事你实在有点过分了。说着，摇摇头，转身走出了房间。肯定是亲生的呀！你看这男的这么帅气，女儿又漂亮，遗传了父母的基因。警察们一走，安素贞耳边仿佛还能听到几个警察离开时偷偷的议论着，这让她彻底失神，待在了原地好久。难道我真的有个老公？安安有个爸爸？这一刻，她都觉得自己魔障了。不，下一刻，安素贞回过神，咬紧牙关。 直勾勾的盯着沐晨，安、啊、女士你好。沐晨见警察都走光了，于是走过去把房门关上，跟着一脸苦笑抱歉的走到他跟前，想要解释一番。你是谁？安素贞美眸圆瞪，肺都快气炸了。我叫沐晨，是你女儿请来的共享男神。顿了下，沐晨挺起胸膛，在安安紧张而又期待的目光下，解释道：“当然，现在安安让我假装她的爸爸，我就说。”顿时，安素贞翻了翻白眼，跟着浑身没力气的摆摆手，走到沙发上坐下来。 所以我没疯，他呢喃几声，最后看向女儿，斥责道：“安安，妈妈！”安安吓得浑身一抖，又往牧晨身上扑了过去。安女士，安安还小，她只是单纯想要个爸爸而已。我觉得就这事，咱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牧晨也是头大的很，但出于专业，也只能继续解释。嗨嗨，是这样的，你女儿呢？单子租赁期一共下了五天，所以这五天我会以安安父亲的身份待在她身边。那个租金呢？你也知道了，一天是二十万，之前安安已经拿你手机付了。 什么？安素贞这次回过神来，发出一声尖叫：“二十万！”说完，她才反应过来自己的情绪有点不对。见安安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泪眼婆娑样，于是只能唉声叹气着走过去，示意女儿道：“安安，你去一边玩去。妈妈，你不要生气。”安安咬着小嘴，扑到妈妈的膝下，声音软软道：“我……我就是太想爸爸了。妈妈，你别生气，好不好吗？”安安继续撒娇着，努力着让妈妈不要责骂自己。哎，乖女儿。 妈妈不生气，安素贞的心一下被女儿这表情融化了，还能说什么？只能强行欢笑道：“妈妈没生气，你去玩吧，我和他。”顿了下，咬牙道：“我和你这个爸爸说点话。”“嗯嗯，爸爸，你和妈妈好好说话哦。”安安睁大眼睛一亮，看了眼沐尘，在他点头后，乖乖走到一边玩耍起来。“你过来。”安素贞瞄了眼沐尘，刹那，沐尘微微一笑，那帅气成熟的气质就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让他身子忽然一颤。 不行，安素贞，你什么人没见过？怎么能这样就被花美男骗子给骗到？下一刻，安素贞在心底怒斥了自己一声，表情迅速转变为冷漠，带着牧晨来到书房。酒店总统套房不愧是总统套房，书房大得很，将近六十平米的办公面积，靠着阳台边还静静摆放着一架泛着银色光芒、漂亮极了的雅马哈钢琴。安女士，两人刚坐在书房沙发上，牧晨话刚出口就被安素贞打断：“你说你是什么公司来着？极品男神共享，嗨嗨。 我们公司的业务比较奇怪，就是提供男神进行各种贴心服务。就比如你女儿这次，她需要一个男神爸爸，所以我就来了。牧晨硬着头皮说道：“你多大？”安素贞皱眉问道：“这是我的身份证。”牧晨再次一笑，将自己的身份证递了上去。“嗯，什么？你才十九？”安素贞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一双修长的雪白美腿几乎让四周的一切黯然失色。对，牧晨自信一笑：“安女士，但是你放心，对于如何当好一个爸爸，我是专业的，所以。” 你就只用了半天早上的时间，就虏获了我女儿的认可。安素贞重新坐回沙发，双臂抱在胸腔，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着，美丽而又冷艳的脸蛋紧咬贝齿。怯怯来说，是一见面的功夫。想到这，牧尘也不由心底一暖，微笑瞄了眼不远处正抱着娃娃玩耍的安安，爸爸来陪我玩。安安朝他挥了挥手，牧晨朝他笑了笑，示意爸爸没空，要和妈妈说话。这一幕看得安素贞心底发火的很，不否认牧晨很帅气，他身上。 有种让女性心跳加速的魅力，但是事关女儿，安素贞无法静定下去。再说了，这家伙也敢开口啊！一天二十万，五天一百万，自己女儿才多大，她能懂得了什么？随便来个男人就说是什么极品男神，哼！这世上要是有这么多完美男人，他安素贞也不至于到现在都还单身着。越想越生气，安素贞嘴角轻轻抽了下，突然目光瞄到了书房的钢琴上。安安的生父是一位世界顶级水准的钢琴家，他体内的血液流动着顶级钢琴家的基因。 仿佛在自言自语，安素贞突然呢喃起来：“她才四岁就已经学会弹奏贝多芬奏鸣曲，而且她爱好广泛，跳舞、滑冰、画画、朗诵。安安是个小天才，我对她的期望很大。”嗯，安安真的很乖，很聪明。牧尘听到这也不由一笑：“所以你觉得有什么资格假装他的爸爸？”见牧尘也认可自己的话，安素贞话锋一转，冷笑道：“帅能当饭吃吗？还有，你一个大学没毕业的年轻小子，居然敢说自己能当好爸爸？” 呵呵，<laughs> 是你傻还是我蠢？安素贞没好气的道：“这样吧，我给你简单比喻下。”见牧尘一副好似在沉思的表情，安素贞蹙眉冷笑了下，跟着将手机拿出来，点开微博，选择一条视频内容播放起来。几秒后，书房里响起一阵悦耳的琴声，只是听着背景环境有些杂吵，但并不妨碍那美妙曲声的回荡。不远处，安安听到这声音，立马小跑了过来。看到没？安安可是个小钢琴神童，他喜欢的是这些。安素贞得意一笑，牧尘凑过去，盯着手机看了一眼。 表情有点古怪，看到没？只有这种气质、这种才华的男人才有资格当安安的爸爸。安素贞在一边感慨，指着视频里一道坐在钢琴曲流利的弹奏钢琴的身影，双眸都快变成星星状了。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欣赏视频里的男人？如果以后要找男人，不，我是说要给安安找爸爸，你会选择视频上那种类型的男人？沐晨强憋着笑意问道。那当然，安素贞一脸痴迷，呢喃道：“听听这曲子多美，还有那气质，艺术家一般。” 视频有点模糊啊！就算这个男人钢琴弹得好，说不定人家脸长得丑呢，那种大鼻孔、一口大黄牙的那种。牧尘故意说道：“呵呵。”安素贞瞄了牧尘一眼，嘲笑的眼神仿佛在讥讽牧尘的无知，跟着冷声道：“所以说你不懂，有这种才华的男人，脸型一般长得不错。再说了，人家那气质摆在那呢。”这个男人是我。牧尘再也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在安素贞蓦然圆睁的眼眸下，走到雅马哈钢琴前坐下，双手优雅的放在黑白琴键上。 牧晨修长好看的手指在钢琴的黑白琴键上跳动，悦耳如清泉潺潺的琴声，让书房刹那有了活力。安素贞的表情直接呆了，仅仅几声旋律，她双眼一亮，跟着不可思议的捂住小嘴站了起来，用震惊错愕的目光看着牧晨。却又很快转化为痴迷。这这琴声也太好听了！安素贞愣神在了原地，就连安安也睁大可爱的大眼睛，忍不住撅起了好看的笑容。一曲梦中的婚礼终了，牧晨的双手缓缓放了下来。 扭头用微笑的表情看向了安安母女俩，哇，爸爸好厉害！安安可不管其他，这会开心的直鼓掌，一双大眼睛火热热的盯着牧晨。弹的真好，吓死人的钢琴水准！他到底是谁？而安素贞这会也回过神来，脑海一片乱哄哄的，最后所有疑问都被牧晨那句“这个男人是我”给打成了烟消云散。你，你是视频上弹琴的那个人？安素贞彻底傻眼。对啊，是我。牧晨笑了笑，一副不以为意的表情。 这是之前在排练一个节目，被人用手机录制下来放到网上的，音效有点不好。说着，他伸出温暖的大手摸了摸安安的小脑瓜，笑嘻嘻道：“安安喜欢的话，等爸爸把曲子录制好了，专门送给你，好不好？”哇，太好了，爸爸真棒！安安一下高兴的欢呼雀跃起来，双手死死抱着沐晨的大腿，跟着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转着灵动的眼睛咯咯笑着。安素贞则没法淡定了，脑海里江湖一片。没一会，她脸颊滚烫发热无比，是因为被自己刚才的一番话语给尴尬到了。 牧尘居然是视频里弹琴的那个男人。要知道，之前几天，安素贞工作之余都会拿出手机，点开这个视频欣赏一会那首曲子，特别是舞台上那道梦幻一般的身影，带给他过无限的憧憬。他猜想过无数次，能够弹奏如此美妙曲声的男人，究竟会是怎样一个人？是高大帅气的年轻男人，还是成熟稳重的中年男性，亦或者是有冷酷艺术家气质的男人？而此刻，原主就这么微笑的站在他跟前了。特别是抛开牧尘的身份，他的颜值真的很棒，身材也很矫健。 让安素贞找不到一丝讨厌的细节，哈哈、啊啊！这个男人居然是他，安素贞啊，安素贞，你丢人可丢大了！想到自己刚才豪气十足的称赞视频里的男人，结果原主就在自己跟前站着，安素贞顿时就是一阵脸红，咬咬牙。安素贞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淡定一点，跟着轻咳了声：“那个，我们再谈谈。”一分钟后，两人重新坐回沙发上。安素贞从书桌上取出一张白纸，好像在写着什么。姓名？他一本正经的询问：“这是要干啥？”牧晨心底一愣。 但还是开口道：“沐晨。随后，安素贞问户口一样，将沐晨的年纪、来历、地址、家庭背景等一咕噜问了个清清楚楚。要不是沐晨露出了点不耐烦的表情，他估计连沐晨的生辰八字都想过问一番了。安女士，你还有什么疑问吗？尽管这次的雇主是安安，但对于安素贞，她将会是影响自己任务接单的一个不安分因素，所以沐晨只能尽可能的配合她。嗨嗨，安素贞略微脸红，原本女强人的姿态开始有了变化，在沐晨面前竟是显得有点扭捏。 心情还有点复杂，原本他只是将牧晨当成了人贩子，到后面以为他接近女儿是另有目的，甚至到刚才警察离开，牧晨一番言语，假装二人是夫妻的关系，更是让他气得不行。但随后牧晨一手漂亮的钢琴亮相，彻底让他惊艳了。但是女儿可是他的心头宝，看到安安用炙热的眼神，一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似的蹭在牧晨身边，和牧晨做出各种亲密的动作和言语，看得安素贞居然升起了一丝酸意，她居然有些嫉妒女儿对牧晨的表现了，不行。 这家伙身上有一种莫名的魅力，女儿要是跟着他多待一会，估计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认得了。心里嘀咕了阵，安素贞坐直了身体，故作严肃的沉吟起来。美眸见亮，她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开口道：“我不知道你称不称得上男神，但最起码现在来看，安安很喜欢你。”想到自己刚才在牧尘面前的出丑，安素贞决定出点难题，考验一下眼前这个家伙。一天二十万呢，这家伙还真敢收。女商人的本质，这一刻在安素贞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只见他食指轻击着桌子，好像面试时的主考官，发问道：“你觉得你有什么本事，或者说能力，能够当好安安的爸爸？就算只是几天的时间，我也要确认好，你确实有这个能力。”这是要给下马威了吧？看着眼前女人故作严肃的脸色，沐晨心底一笑，但也不惧，随后开口笑道：“这么说吧，我呢，应该算是个全能型奶爸爸。”全能！一听这个回答，安素贞愣住了下，跟着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还真敢说，就没见到比你还狂的人。” 你说你是全能型奶爸，意思是说你什么都会？安素贞摇了下头，秀发一甩，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面而来。嗯，除了刚才你展现过的钢琴，你还会什么？会什么？牧尘扫了眼四周，最后笑了笑，应该是什么都会吧？比如做饭啊，干家务活啊，这些是基本技能。高级一点的，培养小孩子的兴趣爱好，什么陶艺啊，插花呀、啊，绘画素描啊，各种手工制作啊，就这些。安素贞皱了皱眉，怎么？难道你还要求我会维修航母？ 翻新核弹头，高空作业擦洗卫星表面除尘，战斗机保养换机油，还是其他更难的东西？当然，你提出来的没用。要是安安提出来的，倒也不是不行。牧尘一边说着，朝安安挤眉弄眼了下，逗得小丫头咯,咯咯笑个不停。你，安素贞娇呼一声，瞬间有点被气到了。这家伙真的太会扯了，还维修航母呢？他敢不敢再夸张一点？眼珠一转，安素贞突然笑了出来。这样吧，安安喜欢看魔术，你不是说你是全能型奶爸吗？ 你表演个魔术给我们娘俩看看。几秒后，看着坐那一动不动的牧晨，安素贞露出嗤之以鼻的笑声：“怎么做不到了？还吹牛呢？”呵呵，牧晨摇头笑了笑，直直盯着安素贞，笑眯眯道：“你说了不算，什么意思？”安素贞蹙起好看的眉头，牧晨没理他，而是低头看向安安，开口道：“安,安，想不想看爸爸变魔术啊？”哇！安安眼睛一下亮了，惊喜的跳起来，激动道：“爸爸，我要看变魔术！” 安安的要求，爸爸从来不会说“ no。说着，牧晨挑衅似的瞄了眼安素贞。与此同时，脑海里响起系统甜甜的萝莉音提醒：“宿主当前装备神奇爸爸光环，触发来自女儿的心愿请求，正在为宿主进行天赋能力改造，改造成功。宿主当前拥有魔术大师技能，同时赠与各类魔术道具，可在仓库内直接提取。P.S. 魔术大师能力持续时间为任务接单期内。”嘿嘿，牧晨嘴角一笑，几秒后。 变戏法似的从手上变出一个芭比娃娃来，哇！安安直接看呆了，跟着欢喜道：“芭比娃娃，安安喜欢吗？”牧晨笑眯眯的将芭比娃娃递到安安手上，获赠来自安安的亲亲一个，瞬间心花怒放。安安好喜欢呀，爸爸好厉害啊！安安根本没看到牧晨是怎么变的，手上突然就多出一个娃娃来，这让他开心的蹦跳起来。接过娃娃后，爱不释手的玩耍起来。安安，告诉爸爸，妈妈喜欢什么？牧晨嘿嘿一笑道：“妈妈，妈妈喜欢画。” 安安抬起好看的小脸蛋，兴奋的说道：“嗖”的一声，牧尘手上就多出一朵百合花来。他轻轻一笑，气质出尘的递到安素贞跟前，绅士优雅的举动瞬间撩动了安素贞的小心脏。爸爸好厉害！安安再次惊呼一声，激动的鼓起掌来，小手心都拍红了也没停下。闻着一道淡淡的花香，体内仿佛一股电流划过。安素贞呆滞无比，跟着揉了揉眼睛，见鬼了！他根本没看清牧尘手上的动作，就看到一朵鲜艳绽放的百合花出现在自己眼前。你是怎么做到的？ 安素贞接过百合花，心里一股暖流涌现，跟着睁大美眸，震惊的盯着牧尘。魔术师的秘密。牧尘神秘一笑，哼。这下安素贞有点不服气了，轻咬了下嘴唇，灵机一动，又开口道：“这个不算，安安，他喜欢看《西游记》，特别是里面的孙悟空。你有本事就模仿一个来看看。”这个简单。牧尘再次一笑，只是随后的话语差点没让安素贞气得娇躯颤抖，脸色发青。但是呢，你说了还是不算。牧尘笑眯眯的看向安安。 还没说话，安安就兴奋的跳起来：“爸爸，我要看大圣，我要看大圣！”神奇爸爸光环属性触发，几秒后，当沐晨生灵活现的抓头挠腮，在客厅里跳来跳去，将大圣的动作神情模仿的就跟《西游记》八十六版本六小龄童老师的表演一样栩栩如生时，娘俩完全看呆了。之后整个房间里就只剩下安安蹦蹦跳跳，完全没有断过的开心大笑声。安素贞彻底懵在原地，好半天，她表情复杂，悠悠一叹：“嗨嗨，一天二十万太高了。” 收费能不能打个折，或者买五送一？听到安素贞这句话，牧尘无语了。扫了眼四周奢华的酒店套房环境，他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你还缺这点钱？”安素贞当然不缺这点钱，只是商人的本质让他随口一说。最后牧尘也没答应，毕竟系统收取的租金他连根毛都没看见，怎么可能有权利打个折扣？哼！被牧尘的目光瞅得有点不自在，安素贞把脸低下，又在 A 四纸上鼓捣了半天，最后严肃的递到牧尘跟前：“签名吧，这是行，你也挺厉害的。” 沐晨低头一看，发现这个女人就在刚才短短时间，鼓到了一份奶爸协议，上面标注了上百条有关沐晨在五天内和女儿接触的协议，严格到只要沐晨做错一点小事，就要做好被安素贞告到倾家荡产的准备。哼，有神奇爸爸光环和无数奶爸知识在手，我会犯错？沐晨心里嗤笑一声，很爽快的在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大名。好，穆先生，既然你签名了，那么在约定的五天时间里，你暂时成为安安的爸爸。说到这。 安素贞脸颊浮现一抹晕红，因为很显然，她既然同意了牧晨的身份，那么在一段时间内，两人就将会保持一段夫妻关系。这很神奇，守身如玉多年的安素贞，自从有了孩子，还没让任何一个男人进入过自己的生活。哇哇哇！太好了，妈妈，我有爸爸了，以后再也不会被其他小朋友嘲笑我没爸爸了。安安更是开心的欢呼雀跃，兴奋的都蹦了起来。听到女儿这句无心的话语，安素贞的内心一下难受的揪住了。在牧晨意味深长的目光下，她走到牧晨跟前，朝他微微点头，谢。 谢谢你，沐晨甩甩手表示没什么，毕竟他可是收了钱的。妈妈、爸爸，下午咱们去游乐园玩，好吗？而一边的安安已经在转着灵动的眼眸，兴高采烈的大声喊道：“不行，你下午要回幼儿园。”安素贞当即眉头一皱，摇头拒绝道：“呜、哦。瞬间，安安那开心的脸孔一下像腌了的茄子似的，大眼睛噙满了泪花，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撒娇似的哭泣哽咽起来：“不要，我不去幼儿园，我要去游乐园，我要妈妈、爸爸陪我去游乐园。” 小丫头一边哭着一边大喊，抽泣声就好像一把步枪，突突突的往心脏射子弹，让人一下子难受得很。你这丫头，安素贞安抚了几下，没把女儿逗乐，干脆站起来，目光直视牧尘，带着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仿佛在说：“看你的了。”牧尘也干脆蹲下来，将安安眼角边的泪水轻轻擦去，一边温柔问道：“安安乖，安安真的想去游乐园玩吗？”“嗯，安安想，爸爸，你带我去吗？好不好？”安安似乎知道妈妈的心肠比较硬。 这会直勾勾盯着牧晨，扑通一下扑进他的怀抱里，挂在他身上，开始一阵教科书般的撒娇。好啦，安安想去，那咱就去。牧晨站起身，在安素贞一脸皱眉的表情下，走到他跟前。这就是你哄娃的方式？什么都顺从他？安素贞发出质疑的声音说道。如果是这样，恕我不敢苟同，因为这样会让安安以后变得更加任性。你多久没带安安出去玩过了？牧晨没理他上面那句话，干脆直接的询问。这一问，安素贞哑巴了，沉吟了一番。 他有点心虚的呢喃，好像有一个多月了，可是我很忙啊，唉，又是一个以忙为借口的家长，难怪安安那么想要一个爸爸，这小丫头心底孤单的很啊。牧尘顿时一叹，明亮而又犀利的眼神盯着安素贞，钱重要还是女儿重要？当然是女儿重要。安素贞不假思索道，公事重要还是女儿重要？我，安素贞一下说不出话了。 尬在原地，沐尘径直夺过他手上的手机，点一下自动关机，跟着笑眯眯的看向安安，调皮道：“安安，看妈妈这下有时间喽！”“爷，爸爸太棒了！”安安顿时发出欢呼声，跟着跑到衣柜前，开始兴奋的喊道：“妈妈，我要穿你之前给我买的那件碎花小粉裙子，还有，我要扎个辫子，很漂亮，很漂亮的辫子。”“嗯，安安，你稍等一下，妈妈去给你叫阿姨来给你扎辫子。”安素贞看到手机息屏，想到的确也很久没陪过女儿了，再看看安安这么开心，心里一软，只好跟着一笑。 起身就要去喊酒店服务员。什么？牧尘一听无语了，睁大眼睛，看得安素贞一脸羞愧。他才说道：“你不会扎辫子，还要找人来？我那么忙，哪里有空去学这个？平时都是阿姨来帮忙，或者去酒店楼下的理发店，反正理发师傅什么都会。”安素贞嘟噜了声，似乎觉得自己挺没用的，心虚的低下头。行了，也别喊人了，我来。牧晨无语的很，走过去将安安抱到梳妆镜前坐下，跟着笑眯眯道：“安、啊、安，想不想爸爸帮你扎辫子？”哎呀呀！ 我要爸爸帮我扎辫子，安安猛地点头，一脸的激动。叮<定>，刹那，神奇爸爸光环再次发威了。牧晨只觉脑海里多出来上千种扎辫子的方法和款式，全世界各地都有。几分钟后，看着牧晨心灵手巧的将安安那一头又黑又长的秀发扎出一个漂亮的公主头时，安素贞再次被吓住了。什么人啊，这家伙，那一双巧手，简直没什么他不会的。安素贞看着牧晨的眸光，充满了震惊和好奇。半个小时后，在酒店一群工作人员震惊的目光下。 安安一只手牵着爸爸，一只手牵着妈妈，快快乐乐的往外走了出去。爸爸，你看那里有一只大笨熊，安安喜欢吗？爸爸给你拍张照。牧晨笑着拿出手机，帮安安拍了一张美美的照片。随后，安安穿着碎花粉色裙子，挣脱了两人的手臂，跟仙女一样蹦蹦跳跳的，看到街道外面一些有趣的东西，顿时发出银铃般一样的笑声，吸引了大量路人的关注。实在是小女孩太可爱了。再看看他爸爸和妈妈，男的帅气，女的漂亮，更是羡煞了不少旁人。我去开车。 有点受不了路人夸张的目光，安素贞连忙拿出太阳镜戴上，跟着扭着翘臀走向停车场。安素贞开的是一辆黑色奔驰，百万豪车。不过沐晨也知道，这个女人长期把酒店总统套房当自己家似的住下来，肯定是个不缺钱的主。安安，沐沐晨，上车吧。安素贞把车开到两人跟前，先叫了安安一声，跟着有点别扭的朝沐晨喊了一句：“行，我带安安坐后面。”沐晨点头一声，将安安抱着坐进轿车里，随后。 安素贞驱车带着两人到了位于郊区的欢乐世界。安素贞停好车，怕熟人认出来，继续戴上黑色太阳镜。牧尘则将安安抱出来，双臂轻轻一撑，就将小丫头给提到了脑袋上面。跟着安安发出咯咯的笑声，顺势便跨坐到了牧尘的脖子上。哇，爸爸好厉害啊！安安长高了，感受到了和平时不一样的世界，安安瞬间发出一声惊喜的笑声。这还是他第一次坐在爸爸的脖子上，顿时乐得都找不着北了。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看到安安这么开心，安素贞松了一口气。 跟着三人朝游乐园走去，一路上，安素贞偷,偷偷打量着牧晨。她发现，阳光下，牧晨拖着安安琪在脖子上走路的时候，父女俩不断发出的笑声，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让他的心情都跟着变得灿烂无比。妈妈，你走快点啦，爸爸，要不你把妈妈也一起抱上来吗？小丫头没心没肺的笑道，童言无忌，听得牧晨一阵哈哈大笑。这个小丫头还真把她当超人了呀！检票后，安素贞和牧尘刚走进游乐园，安安一下被各种有趣的游乐设施给吸引住了。 爷爷，yeah, 爸爸，我要坐摩天轮！安安发出不矜持的尖叫声，乐疯了都。哎，安总，也就是这时，一声沉稳惊讶的声音响起，跟着声音主人看向安素贞身边的男人，瞬间露出失态了的惊喜表情。穆先生，怎么是你？听到声音，牧尘扭头过来，看到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男子，正惊喜地盯着自己，有点眼熟。沐尘只是愣神了下，跟着脑里想起一个人来，这不是那天在贝小薇生日晚宴上，那个被众人追捧的画坛大师韩博吗？韩先生。 你好，想到那天韩博看着自己那火辣辣的眼神，牧尘就有点受不了，当即淡定的问候一声：“你你好啊。”韩博有点受宠若惊的点点头，跟着指了指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十岁出头的小丫头，笑道：“这是我女儿韩若君。”哇，大帅哥你好啊！韩若君眼前一亮，有点调皮的朝牧晨喊道：“十岁的小姑娘已经懂得欣赏牧尘那帅气的颜值了，那阳光帅气的脸蛋、大长腿，再加上一点点小胡茬，就像韩剧里成熟稳重的欧巴。” 把小姑娘迷得不要不要的，当即眼神火热的盯着牧晨。要不是韩博拉着，他一副恨不得粘在牧晨身边的势头，这让安安生出了几分紧张。无来由的，他咬着清脆的童声，一把抱住牧晨的大腿，大声道：“这是我爸爸。”童言有趣，一下逗乐了在场所有人。只是韩博很快表情一愣，想到圈子里一个传闻，顿时惊讶道：“安总，你和牧晨先生是夫？”韩先生，您误会了。”安素贞连忙摇头解释，看到对方一副明显往那方面猜想的表情，下一刻急忙说道。 牧晨牧晨是我请来的钢琴老师，你也知道，小丫头没爸爸，这不一眼就喜欢上牧晨了。什么钢琴老师？牧晨不是画画的吗？韩教授彻底凌乱了。以他的认知，一个人就算再牛，一生恐怕也只能在某一领域达到巅峰。而他印象里的牧晨在素描这一行业里，那绝对是世界顶级的水准。因此，尽管那天牧晨很随意的表示素描只是他的爱好时，韩博便只当是年轻人在谦虚而已。可是，钢琴老师又是什么鬼？ 看到眼前的小女孩露出几分不高兴的神色，好像是自己的突入打扰了一家人的乐趣一样。几秒后，韩博还没想得明白，就见安素贞露出抱歉的神色，朝他说道：“韩先生，有空再聊了，再见。”“哦，那穆先生，我们有空再见了。”韩博还想追上去和那个年轻人再交流交流呢，不过他也看出安素贞带着女儿是出来玩的，不想受人打扰，当即只好讪讪一笑，朝沐晨点了点头。对方一走，安素贞一双美眸便直勾勾放在沐晨身上，眼里有几分惊奇，朝沐晨沐晨呢喃道。 你认识韩博，似乎是有意的。安素贞凝重道：“韩博可是咱们金陵城文化界的一股清流，他的画技很厉害。金陵城多少达官贵人都以和他攀上交情为荣。想不到你一个学生，居然能和他说上话。”“哦，没什么，之前在朋友聚会上见过韩先生一面而已，不想太高调。”牧尘笑了笑，跟着反问道：“你呢？怎么会和韩教授认识？”“去年我父亲六十大寿，为了给他准备寿礼，我去求韩教授作画，出了八百万的高价，都没能让他出手一回。” 安素贞想到什么似的，露出几分苦涩，感慨道：“最后还是一个朋友帮忙，用了人情才换来韩教授泼墨一副。就算是这样，我父亲收到这份礼物，也兴奋的好几天睡不着觉。可想而知，韩教授的一幅画，对于有些人来说，不亚于无价之宝。”安素贞感慨万分道：“确实是这样。”牧尘再次一笑：“哎，其实我一直想请韩先生出手帮我画一幅江山锦绣图的，但是想要说动他，太难了。”安素贞叹息道：“毕竟金陵城谁都知道。” 韩教授很少对外公开自己的作品，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几幅，只要在拍卖行业出现，立马就是以数千万甚至上亿的金额被人拍走，收藏于家中，列为传家之宝。想要向韩教授求画，可不是单纯随便一个权贵都能做到的。爸爸妈妈，我们去玩摩天轮，可以不吗？一旁的安安有点不耐烦了，扯了扯两人的衣角。安安想玩的话，当然可以啊。当即，安素贞露出笑容，牵着女儿的小手往游乐设施走去。只是她不知道的是，当她此刻在感慨韩教授一画难求的时候， 这边离开了的韩博心里也痒痒万分，一脸的纠结之色，脑子里思考着一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让牧晨画一幅人像素描给我呢？要不拿家里那幅《旭日东升图》换，还是《春山雾隐草堂》？不行，舔着老脸，怎么得也得收藏一幅那位年轻人的作品啊！想到那惊绝人间的记忆，韩博彻底激动了。欢乐世界里，牧晨带着安安和安素贞正在进行第一个游玩项目——摩天轮。安安坐过，但像今天这样，爸爸和妈妈坐在自己身边。 安安还是第一次，这让他兴奋的哇哇叫着，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透过玻璃看着越来越远的地面，安安一点也不害怕的睁大了眼睛。哇哇，爸爸，你看那个人变小了眼。哥哥哥哥，妈妈，你快看，天空好蓝啊！哇哇，有一朵白云。狭小的环境里，安安迫不及待的发出各种声音，就好像第一次见识到世界的神奇，看得牧晨和安素真都跟着乐了，心情大好。安安，抱紧爸爸，注意安全。担心安安没抓稳，牧晨一只大手牢牢扶着安安。 结果他光顾着注意安安，反倒是安素贞这个当妈妈的一个不小心，在摩天轮轿厢升到最高点时，一个震动后身子一晃，差点摔倒。小心！牧尘眼疾手快，一只手伸过去扶住那盈盈纤腰，刹那感受着来自安素贞那纤细腰围带来的异样手感，牧尘不仅心神一荡。唰！安素贞感觉身子都快酥软了，脸色瞬间浮现一抹红晕。几秒后，她娇艳的低下头，再次坐好后，就感觉心脏扑通扑通的剧烈跳着，仿佛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似的。 摩天轮落地后，牧晨拉着安安，另一只手扶着脸颊通红的安素贞走了下来。爸爸，我要去木马。安安再次眼前一亮，指着不远处的游乐设施。嘻嘻，安安要跟谁坐一起啊？牧晨故意逗他道。嗯，我要跟爸爸。安安毫不犹豫的说道，让一边的安素贞脚步踉跄了下，瞬间露出郁闷的表情来。这女儿算是白养了，这才半天啊，就把这家伙当成真爸爸了。安,安，咱们坐旋转木马去了。牧晨微微笑着，带着母女俩旋转木马走去。 这一刻，三人都是心情愉悦，而远在宁海的一家医院里，飘音心情寂静，两手紧张的攥着衣角，目光直视对面坐着的医生，静静等待着他宣判自己的命运。